只见任凭他气急败坏的厉害，这小妞根本不为所动，站在他跟前依然红着脸，一副羞答答模样。半晌，才微微扬起脑袋，一本正经：“恩师没教导过我，要心智坚定。”对了，天这么热，你又骂了这么久，口渴不渴？我去给你倒点水。快去把汤喝了吧，一会儿就凉了。另外，明天你想喝什么汤，我又给你带。随即又因若蚊虫憋出一句：“还有，我突然发现，你发火骂人的样子，其实也挺好看的。” 话音未落，脸蛋更唰的一下通红的吓人，耳根都滚烫一片，再不敢与他对视，拔腿便朝直坊小院里面冲了进去。于是乎，王老爷便崩溃了，木头桩子般处在原地，硬是眼睛都直了，心中完全一阵挫败感。这妹子怎么真的又傻又萌的？不就是兄妹情深，因为老子救了他哥一条命，心中感激吗？至于这样吗？六月初八，晴，京城太阿宫。 又是十天一次的大朝会，可时间都已半上午，巍峨恢宏的太阿殿内却依然沉浸在一片压抑沉重的气氛中。文臣武将分列两侧，一个个脸色难看的出奇，或愁云密布，或满腔悲愤。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那虎狼庆国前朝衰地时侵犯我大康五个州府城池，距今百年了，尚未归还。如今又大举新兵再犯我大康领土，欲灭我大康朝，可恶，可恨啊！ 是啊，是啊，那女皇帝实在欺人太甚。还有太子殿下，身为国之储君，何其尊贵，怎能以身涉险？若有个什么闪失，这可如何是好？扼腕顿足、叹息声、悲愤骂声此起彼伏。景龙帝身着龙袍，头戴官旒，端坐龙椅上，正正望着台下正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的文武百官，又何尝不是忧心忡忡，面色凝重的出奇，脸上写满着疲惫。 一段时间不见，似乎一下子都苍老了太多。宰辅陈无香站在队列最前端，同样愁容满面，甚至眼眶都点点血丝。唯独当朝右丞相曹木，只是半眯着眼睛，扭头望着身后七嘴八舌的官员们，沉默不语。而这时，景龙帝却终于再忍不住了，几分疲惫，缓缓站起身来，声音冷凝至极：“怎么？军情传回京城都已经几天了？趁着今日大朝会，在京六品以上官员都在。” 大家都议一吧。眼见皇帝发话，场面终于一下子安静下来，却奈何一个个都是一筹莫展，低垂着头，大气都不敢出，反倒更让大殿中徒增了几分沉闷。不知多久，兵部尚书钱正才终于手持护板站了出来，禀陛下：如今虎牢关失守，几万将士战死，这对咱大康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更为严重的还是太子殿下与七万多将士被围丹城。 那虎狼庆国十多万大军将丹城围得滴水不漏，还手段极其狠辣，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说到底，那就是要不费一兵一卒，便将我大康七万精锐之士，包括无数百姓，困死在丹城啊！揉了揉疲惫的眼眶，苦笑。城中粮食只够将士与百姓吃上二十天的，哪怕节省又节省，也最多只能撑上一个来月。可偏偏粮食又运送不进去。算算时间，丹城之围已经半个月了。 所以今日朝廷务必要拿出一个应对之策来。那丹城之中可是几万百姓与我大康几万将士啊！摇了摇头，一声长叹，这还不是最致命的。诸位同僚也都清楚，那丹城之地可谓是我大康抵御庆国大军失了虎牢关之后最后一道屏障了。丹城若失，不仅北方各州府，甚至京畿一带皆为鱼肉。景龙帝没说话，只安静听着。良久，却见钱正才又一声无奈叹息。 臣这几日率兵部众官员已经商议研究过多次，为今之计，只有尽快调拨大军驰援。然而眼下朝廷已实在抽调不出什么可以上阵杀敌的兵力了，要么就只能从居宇关紧急抽调几万将士前往丹城之地。可奈何居宇关前线尚且还有庆国十多万大军，战事正处于焦灼对峙。若是慌乱调兵，居宇关必然失守。可要知道，居宇关距离京师只有区区七八百里。 门户大开之下，京城岌岌可危，此法自然不可取。很明显，那女皇帝李青梅心思深沉，也正是算准了咱们不敢从居玉关调兵，才会对丹城围而不攻。顿了顿，因此唯一的法子，只有朝廷再迅速征召将士，而且必须要在十日之内，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征召上十万人，火速驰援丹城之危，或许可解。恭敬一失礼，一声大呼：“还望陛下！” 为丹城数万百姓与将士着想，为大康的安危着想，速做决断啊！景龙帝依然没说话，只眉头紧皱，沉思着。大殿再次陷入一片死寂。然而这时，却见夹杂人群中，吏部右侍郎郑卓却是一个箭步窜了出来：“前公所言，请恕下官不敢苟同。”又朝皇帝一躬身，朗声禀陛下：“臣有不同看法。如今虎牢关失守，丹城被围，而居宇关战事又处于焦灼，未来形势如何，谁也不敢断言。” 毫不夸张的说，已到了危及大康生死存亡的境地。乾公所言虽几分道理，但是其一，如今的国库虽还不至于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却也算不得富裕。贸然征兵上十万，粮草军饷都是一笔庞大开支。而这场战事还将要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料。其二，即便征兵十万，也皆是些未上过战场、未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庆国此番出动的皆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又有十多万之众。 哪怕驰援丹城之地，恐怕也是羊入虎口，徒增伤亡罢了。短暂停顿，郑卓才又继续朗声说道：“如今前线局势已经对咱大康极为不利，庆国已经彻底取得战事的主动权，而且庆国无论版图人口或者兵力财力，又远在我大康之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危及国作的地步，切不能一时意气，为大康带来灭顶之灾啊！因此，陈建言，趁眼下丹城之地还未失，向庆国求和吧。”弯腰一躬身。 大呼：“臣也深知，身为朝廷重臣，却说出此番丧权辱国、扰乱军心之言，乃是万死之罪。可陛下，如今已别无他法了呀。俗话说，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忍辱负重，待到时机，再一雪前耻，收复失地也不迟啊。否则，若丹城之地失守，居宇关再失守，恐怕就真来不及了。况且，太子殿下还在丹城，国之储君若有闪失，必然大乱啊。” 恳请陛下以大局为重，以大康国作为重啊！只是话音未落，抬头看了看皇帝脸色，迟疑半晌，却又样样沉吟道：“臣还有句万死之言，请陛下恕罪。眼下京城中百姓间已是流言四起，说庆国此次之所以大举进犯，除了狼子野心外，还有很大部分原因，皆是因为当初齐州郡公王修所研究那细言提炼之术，导致庆国从此再无法向其余诸国售卖庆盐，再加草原夏国。” 本为庆国藩属国，可齐州郡公当初还曾谏言对夏国先发制人的打击，最终才导致那女皇帝恼羞成怒，不灭我大康誓不罢休。一声长叹，因此臣以为，若是割地赔款，庆国还不愿撤军，朝廷可考虑将齐州郡公王修削爵贬为平民，甚至来表达我大康朝廷的诚意。只说着说着，声音还有些哽咽惋惜。臣也知道，王郡公屡次为朝廷立下大功，乃是国之栋梁。 可如今国难当头，大康生死存亡之际，话音未落，大殿一片哗然，文武百官脸色齐刷刷变了，有跟随附和的，有满面愤慨的，一个个神情各异，窃窃私语声、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响成一片。只是此时谁也没看见的密密麻麻人群中，户部左侍郎郑明礼只是脸色微微一变，可紧随其后，身子往后缩了缩，根本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而这时， 礼部尚书唐明却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脸色说不出的古怪，压低声音：“郑大人，有人要借与庆国这场战事，置你女婿于死地，你居然也沉得住气，硬是一句话不说。”可没想到，郑明礼只是一耸肩：“什么叫我女婿？记得前两日唐公不还在下官面前拿着你家闺女的信，一个劲炫耀吗？说什么当初三言两语将自己闺女骗到林州去，你的计谋奏效了，接下来就可以安心给女儿准备嫁妆了？怎么？” 唐公此时还有心情在这里跟下官说笑？眼见唐明依然一脸高深莫测的模样，抬头瞅一瞅那郑卓，摇了摇头。他自己想找死，神仙也拦不住啊。说实话，连下官都不得不承认，先在百姓中散播流言，煽风点火，再在朝堂上来一招釜底抽薪，的确高明啊。别说郑卓，恐怕就算吴正德也花了不少心思吧。够狠，够毒辣。又小声叹道。 其实前面他所言，什么对庆国求和割地都没错，哪怕以前朝堂上弹劾也罢，背地里使阴招也罢，陛下都还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今日他是直接想置那小子于死地啊！要换作别的帝王，若真到了国难当头的地步，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恐怕还真会牺牲一个朝廷栋梁来换取庆国的信任。毕竟在江山社稷面前，一个郡公又算得了什么？而且不否认，那小子也的确挺招庆国君臣讨厌的。 那女皇帝恐怕也早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了。笑笑，只可惜他们低估了陛下的心性脾气也就罢了，更实在低估了那小子在陛下与皇后心中的分量啊！这是自己往陛下逆鳞上撞啊！景隆帝站在高台上，匪夷所思，竟依然一句话不说，只是怔怔望着那正着，目光说不出的深沉。不知多久，才缓缓沉吟道：“郑爱卿所言，倒也一番忠君爱国之论，令朕颇为感动。只是其一。” 哪怕如今北方州府与京畿之地已岌岌可危，可战事不还没到分出胜负、最终盖棺定论的地步吗？更何况大康立国至今，也还从未有过向他国割地赔款的先例。其次，虽不得不说，因为戏言提炼之术，因为出兵夏国的谏言，甚至包括灭西赵、宋吕平定南楚之乱，一举解决我大康的后顾之忧，庆国君臣恐怕更早已将齐州郡公恨之入骨。可朕也罢，大康朝廷也罢，还没窝囊到。 将一个为朝廷为社稷屡屡立下盖世奇功的功臣交给敌国处置，来换取求和谈判的筹码，换取休战撤军的地步。所以此番言论，郑爱卿就别再提了。顿了顿，又一字一顿道：“朕决意，就按兵部所言，不惜一切代价征召大康的铁血男儿，火速驰援丹城之地。另外，户部需全力配合，筹措粮草物资与军饷。打不打得过，打了才知道吗？只是说着说着。” 眼眶隐隐有些泛红，声音哽咽。至于太子，可同样这时话音未落，却只见大殿门外大步冲进来一个身着盔甲的宫中侍卫，神色说不出的古怪，径直走到中央，单膝跪地，禀陛下：刚从林州有消息传来，说齐州郡公王修已于昨日上午便已经启程前往丹城之地了。不仅如此，据说齐州郡公还用陛下赏赐的令牌调拨了金鸡大营林州驻营的两千守军，随行还浩浩荡,荡荡用马车拉着。 他南楚凯旋归来时带回来的，当初岐山关大姐所研究出的那什么飞天飞天大球。一边说着，却又似乎想起什么，迅速从怀里摸出一份叠得整整齐齐的巨大纸张。对了，昨天的林州日报上面还刊载了齐州郡公亲笔所书的一篇文章《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双手呈上，请陛下过目。景龙帝神情一滞，势力在侧的司礼监太监总管张三千自是迫不及待，便将那份林州日报。 毕恭毕敬呈了上来，群臣目光注视下，迅速打开，果然只见这报纸第一版时政要闻最醒目的位置“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几个龙飞凤舞大字，下面文章倒总算不再是一股让人胃里冒酸水的王修峰，相反，堪称引经据典，用词极为考究。可就是那语句，什么庆女帝李青梅年方二十二，头大如牛，蓬头利齿，举止无状，行为无端，什么治天下生灵于不顾。 残暴毒夫之心，人神共愤也。什么天下苦晋国久矣，吾号召天下群雄共讨伐之，将那庆国女皇帝劈头盖脸骂的那叫一个痛快，直看得他景龙帝一愣一愣的，眼睛都直了。可刹那间，心中甚至已是一阵莫名怒火。倒不是这什么讨伐檄文，关键是那混账小儿好端端的跑去丹城之地做什么？因为战事，金鸡大营、林州驻营的驻军一共都只剩下了三千多将士。 还被他调派了两千，难不成他还真琢磨着对那十多万庆国大军故伎重施，再上演一场岐山关的大火连营？荒唐，简直胡闹啊！难道他以为朕就没琢磨过这事？可说到底，当初那岐山关之所以能从天而降一把大火，歼灭足足上十万敌军，根本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一，岐山关特殊的地形，可借助两条陡峭山脉形成的狭长河滩，将敌军形成个瓮中捉鳖之势。 其二便是出其不意。纵观史册，千百年来还从未见过两军交战从空中展开偷袭的先例，导致大半夜的，就算天上莫名其妙多了几千颗星星，还天降同游，也没人意识到那是一场火攻。可眼下齐山关一战，天下皆知。别说丹城之地，根本就没有如齐山关那般关门打狗的地形。可就算有，难不成那庆国大军还能老老实实待在笼子里，让你用大火烧？更何况。 人家现在是在围城，不是猛攻关口阵地。况且，据说那庆国大军现在营地连警戒放哨都是一半看前方，一半抬头望天。看见你那什么飞天大球从天上飞来了，还能老老实实待在上面等你往身上泼桐油，然后再点火？唯一可做的也无非是飞在半空，敌军弓箭射不到的高度，探查探查地形与敌情。可那对于解决丹城之围有什么用？那小儿是不是未免太天真了些？难不成？ 他是琢磨着用那飞天大球将加起来上十万百姓与将士挤救出来，暂且不说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可即便救出来，丹城之地便失了。更何况那庆国大军能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个飞天大球飞入城中救人而无动于衷？恐怕救出来一个被杀一个，这不荒唐吗？六月十二，即便已是快傍晚时分，可太阳依然火辣辣的，似乎快要将大地烤焦。 北地燕庆府一片广袤荒无人烟的山林中，一支足两千人的队伍正缓慢行进在崎岖山路上。连续几天的行军跋涉，随行还携带着不少物资，将士们早已疲惫不堪。此时，队伍正中央那辆马车中，王修斜靠在座位上，心中却是叫苦不迭的厉害。倒不仅仅是因为马车颠簸，再加天气炎热，折腾的头晕脑胀，两眼昏花。尽管一路行来，的确让人难受。 可真正让他哭笑不得的，却是正坐在斜对面这小妞。只见这妹儿又恢复了那一身劲装长裙打扮，自幼习武，那身段就是不一样。小蛮腰纤细柔软，胸前高耸坚挺，再搭配那双惹眼的大长腿，简直说不出的火辣勾人犯罪。此刻就这么盈盈端坐一侧，手中拧着他那柄长剑，眉目悠悠望着他，也不说话，眼波流转，含情脉脉，俏美的腮帮还带着些醉人红晕。 反倒总让车厢里气氛显得有些尴尬，就想不明白了。得知自己要前来丹城之地，这妹儿为何就非得执意跟着一起前来？还美其名曰什么，不仅可贴身护卫他王老爷安全，一路上也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要不是因为老子心软，好吧，主要还是打不过，是断不会答应他这般无理要求的。其实跟着也无所谓，毕竟这丹城之地终究凶险无比，能有这么个高手保护着，总归要好些。只唯独孤男寡女的。 终究诸多不便，可直到现在，他王老爷都还没想明白，这妞当初对老子那可是苦大仇深，恨不能把老子扒皮抽筋的，可怎就突然变成现在这样了？自从那天在府衙，又是送定情香囊，又是叫嚷什么“既然答应了，只要你救活我哥，我便嫁给你，就一定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就彻底变了个人。每天早上，只要他去府衙当值，必然一壶滋补汤，还换着花样的。好吧，不得不承认，这妞厨艺的确相当不错。 汤还挺好喝。除此之外，要么一会儿口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喝；要么我再抽空给你缝几件内衫和袍子，天凉的时候穿。更别提每次故意再欺负、调侃他两句，也根本不龇牙咧嘴、暴跳如雷了，反倒一副羞答答、任凭欺负的样子。其实扪心自问，倒不是他王老爷多矫情，换做任何一个男人，被这样一个又武艺高强又身份不俗、长得还前凸后翘、娇滴滴的妹儿，哭着喊着我要嫁给你，至少绝对不是件痛苦的事。 更何况这一路行来，不少时候两人都待在车厢里，看着他那副羞答答任君踩鞋的模样，还有那双火辣大长腿，还总是搞得他心猿意马的，浑身火燥燥的。可关键是，老子已经三个夫人了，而且还有个八月十五之月。最重要的，这妹儿根本就是因为老子救了他哥一命才会如此。老子要真是同意了，就实在有点趁人之危，禽兽不如了，良心都过不去的。更何况他爹总感觉有点蔫坏蔫坏的，一肚子坏水。 实在不讨人喜欢，然而这时却突然感觉队伍停了下来，紧随其后便只听到外面有人来报：“秉郡公爷到达目的地了。”王修总算长舒一口气，领着唐娇跳下车，便见两千人的队伍已经停下。放眼望去，此时所处的位置正是位于一座高耸大山前一大片空地，几乎呈三面环山环抱之态，而后方不远便是刚途经那一片广袤山林。最难得的，四周荒无人烟。 不得不说，倒是个隐蔽的好位置。除此之外，跟前正举止恭敬站着一年近四十的汉子，个子不高，却壮士魁梧，身着银灰色盔甲，头戴红翎，腰佩陌刀。此人他自然认识，名为胡魁，昔日金鸡大营林州驻营守将、镇武校尉张敢身边的副将。而随着此后那张敢被调往岐山之地接管驻防，这胡魁自然也顺理成章升任林州驻营主将，领昭武校尉衔。又一拱手。 郡公爷，这里便是您指定的扎营之地了。伸手一指前方，翻过前方那座翠屏山，便是丹城之地了。根据兄弟探得的情报，前方不到十里便有庆国的探子前哨。可紧跟着，却似乎实在忍不住了，满面疑惑。但是郡公爷，卑职还是不明白，咱兄弟们星夜兼程赶来，不就是要如您当初在岐山关一战那般，用这飞天大球从天上对敌军展开火攻偷袭吗？或者从空中放火，佯攻配合太子殿下与将士们？ 从丹城突围，皱着眉头，可为何郡公爷非得选择在此地驻营？毕竟据卑职所知，这翠屏山之地已经位于丹城之地的左侧了。咱们从南面来，不仅算是绕了一大圈，而且离丹城之地还更远了些，这也不利于咱进行突袭啊。可没想到，王修却只是一耸肩，脸上更是几分玩味，瞎琢磨什么呢？你真以为本郡公此番千里迢迢跑来，是为了空中放火偷袭敌军呢、啊？ 岐山关之战是不可复制的，别说如今咱那飞天大球早已天下皆知。那庆国大军警戒放哨的时候，随时都盯着天上，而且人家十多万大军是分成几股在包围丹城，又不是汇集在一起。更何况丹城四周皆为平坦之地，咱桐油还没泼完，人家就早散开了，还能傻乎乎扎堆等着咱点火？瘪了瘪嘴，至于你说的从空中佯攻配合被困丹城的兄弟们突围，就更荒唐了。 咱从空中把突围的城门口放上一把大火，是想烧死突围的自己人啊！却奈何，眼见这货依然满面诧异，王老爷也不多做解释。至于本老爷为何把扎营之地选在这里，没办法呀，本老爷一向怕死吗？你想想，按照本老爷的计划，接下来几天，咱那飞天大球隔三差五就飞到空中，跑到人家头顶去泼点桐油，放上一把火，那庆国大军难道会不想方设法把咱们找出来，一个个给砍了？毕竟咱只有两千人。 能搞得过人家几万大军？更一脸奸笑。可是你再瞧瞧前方这翠屏山，咱们的飞天大球从这边升空，那座山便是天然屏障，庆国的探子便很难从方向上判断咱所处的位置。其次，再瞧瞧后面，哪怕那庆军的探子找到咱们了，领着上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杀过来了，咱也可以跑得飞快吗？就算跑不赢，这一大片山林还可以躲吗？咱是来搞事情的，又不是来找死的。笑眯眯的。 气定神闲，没办法，本郡公虽排兵布阵不行，但逃命还是挺精通的。而且主打就是一个神秘莫测，让那庆国大军天天看着本郡公的飞天大球在头顶飞来飞去，可就是找不到本老爷蹲在哪儿。你说气不气？于是乎，胡魁便更加猛了，一头雾水。即便如此，倒是几分崇拜之色。郡公也英明。然而这时，却见王修倒是一反刚才的故弄玄虚，沉声命令传令下去。 所有人带飞天大球全部升空，一个不留，去找一找庆国大军的位置。反正这才傍晚，去搞一搞吗？虽然用处不大，但该放火烧还是得放火。就算搞不死几个，扰一扰他们的军心也是极好的嘛。而且记住了，接下来每天早晚出去搞两遍，带的桐油用完为止。那胡魁虽依然满面疑惑不解，可军令哪敢不从？片刻功夫，便只见眼前空地上一个个足半间厢房大小的巨型飞天灯。 密密麻麻，陆陆续续朝半空飞了上去，越过前方那座高山，渐渐消失在视线中。于是很快，这四周荒无人烟的空地上便只剩下两人以及随行为二人驾车那马夫。直到这时，王老爷总算心满意足了，还不忘撩了撩额前几根凌乱发丝，气定神闲扭过头望向身边唐娇，却见这小妞又何尝不是瞪大着眼睛，俏脸满是诧异，明显同样搞不明白。既然又不指望如岐山关之战那般。 一把大火就能大败敌军，又无法佯攻协助丹城的几万将士突围，如此大费周章，究竟是为何？兴师动众跑这里凑热闹来了，过一过打仗的瘾，却奈何王老爷依然只是没好气一撇嘴，压低声音，啥也别问，天机不可泄露。然而同样这时，话音未落，却只听得身后传来一道阴柔无比的声音：“哟，不愧是康国威名远扬的齐州郡公亲自研究出来的，在岐山之地一把大火烧死十多万敌军的。” 什么飞天大球？果然是好东西，令咱家也是大开眼界啊！刹那间，王老爷心中猛的一紧，转过头来，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不知何时，四周已出现了七八十个身穿盔甲、腰配长刀的大汉，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站在最前方，却是一个约莫五十多岁的男子，面色白净无须，身着一身太监官袍，倒是一脸和颜悦色，上下打量着他，自我介绍一下。 咱家乃庆国皇帝陛下身边监视太监主管高远，此番奉我庆国皇帝陛下命，在此已恭候王俊公多时了，还请王俊公随咱家一架虎牢关外我庆国皇帝陛下的中军大帐做客盘桓一番。笑眯眯的。哦，对了，王俊公也不必猜疑了，倒不是您的手下出了叛徒泄露了行踪，而实在是咱皇帝陛下看着这丹城之地的堪舆图，可算是研究了足足三个多时辰才推断出来的。陛下说了。 依照他对王俊功的了解，您此番带着林州驻营两千将士前来，必然在这翠屏山下扎营。结果证明，陛下对王俊功还真不是一般的了解啊！王修一下子呆住了，太阳穴突突的跳。那高远双手插在宽大袖子里，倒依然一副和颜悦色、笑呵呵德行，却总给人一种老谋深算的猎手看着已经到手的猎物那种欢快得意。顿了顿，才又不紧不慢沉吟：“说实话，为了请王俊功去做客，倒还真费了不少心思。” 陛下说了，王俊公生性狡猾，胆子又小，眼下又正值两国交战，前来丹城这凶险之地，必然是步步谨慎，稍有风吹草动，必定跑得比兔子还快。若是抽调几千上万的大军，埋伏在这翠屏山一带，目标太大，难免被王俊公手下的前哨警戒发现，否则王俊公必然调转方向，拔腿就跑。所以陛下才出了个主意，令咱家就带着几十个人，在远远的地方藏着。 待到您这两千个飞天大球全部升空了，再来盛情相邀。于是乎，王修便彻底愣住了，呆若木鸡，站在原地，只感觉脑瓜子都嗡嗡的响。完了，这下完犊子了！大意了，久走夜路，终于撞见鬼了。亏得老子对着堪舆图还研究了大半天，才终于选定了这翠屏山扎营。不仅地势独特，又便于隐蔽，万一被庆国敌军追杀，还方便跑路，主打就是一个神秘莫测。 这特么是千里送人头来了！这下爽了，玩脱了，小命都必定搭进去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请老子去做客，什么盛情相邀，狗屁！别说那戏言提炼之术令庆国彻底失去了往周边诸国售卖庆年的资格，还有建炎皇帝先发制人搞其藩属国草原夏国，以及平定南方之乱，让朝廷能全身心投入与庆国的作战中。仅仅是当初在南楚将人家兵部尚书、女皇帝那远房姑姑,姑李清骂得狗血淋头。 这要落在庆国君臣手里，老子还能有小命回来？更何况眼下老子还当着人家的面用飞天大球去放火烧人家的大军。哦，对了，还有那篇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随便拎出哪一条，好像都足以被砍脑袋一百遍啊！还有那庆国女皇帝脑子有病啊！如今两国大战，她不好好琢磨着怎么尽快拿下丹城之地，然后大军长驱直入，威逼大康北方州府与金鸡地区，成就一番雄图霸业。 花费这么多心思研究老子干什么啊？能不能干点正事？扭过头，却见身边唐娇又何尝不是满面紧张凝重之色，俏脸惨白，毫无血色，额头香汗都不停滚落，小手死死握着腰间剑柄，死死盯着周围那几十个庆国将士，目光之中已是浓浓的绝望。尽管如此，却又压低声音：“一会儿我尽可能缠住他们，你赶紧找机会跑，不要管我。”让他又一阵哭笑不得。唉，这妹子真是傻的可爱。 即便自幼习武，可终究寡不敌众，又是一女子，真要动起手来，怎可能会是这乌泱泱几十个庆国骁勇将士的对手？倒是那高远双手插袖，依然笑得灿烂。哦，对了，陛下还说了，王郡公乃是贵客，不能失了礼节，不能怠慢了。因此，咱家还特意为郡公爷备了马车，里面鲜果、点心、美酒，样样不缺。王修顿时脸色更绿的发紫，心里拔凉拔凉的。尽管如此，却还是迅速堆起几分温和笑容。原来是高公公啊！ 本郡公琢磨了半晌，怎总感觉这名字耳熟得很？总算想起来了，当初我出使南楚的时候，曾听你们庆国的使臣提起过，说高公公不但对皇帝一片忠心可昭日月，而且为人正直豪爽，心地又善良。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紧跟着，竟是大步走到他跟前。高公公身上这官袍看着还挺别致，这是哪家的绸缎做的？看着还不错，回头给我介绍介绍。有机会，本郡公也去买点布料。 做一身袍子，一拍他肩膀，笑呵呵的。哎，老哥，其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其实本郡公此番前来丹城之地，主要还是因为一直在林州待着，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刚好听说北地的夏日景色不错，便琢磨着出来散散心。结果发现这边的景色也不过如此，让人大失所望。哦，对了，咱俩相识一场，相见恨晚。高公公有机会到康国的话，定来林州盘桓一番。胸脯拍得噔噔响。 别的不多说，本郡公绝对好酒好菜招待，还有凤来楼的姑娘。对了，高公公不知在庆国皇宫中官居几品啊？平常都有些什么喜好？可没想到这高远根本脸色都没变一下。王俊公是想故意找话题拖延时间，等着您手下那两千手下回来相救。陛下还说了，王俊公狡猾的跟泥鳅一样，得多防着点。紧随其后，还朝身边一手下小声吩咐：“快马加鞭，速速去禀报圣上，就说客人请到了。”又笑盈盈望向他。 郡公爷，请吧。此地离着陛下的中军大帐尚且还三百里路，而虎牢关一带又山路崎岖，咱还得抓紧时间赶路。郡公爷是体面人，应该不会想让咱家的手下左右扶着走吧？刹那间，王郡公便崩溃了，一句话都不想再说了。这死太监有点毛病啊！什么都是陛下说了，陛下说了，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咱好好聊会，拉拉家常，彼此熟络熟络，加深一下感情。 等稍微晚点，天气凉快一点再赶路，不行吗？令人颇感意外的，这死太监居然还真准备了一辆马车，就停在距此三四里外一条小道上。不仅远比他从林州前来所乘坐的那辆马车精致华丽无比，也宽敞不少，而且里面还真备好了各式各样的瓜果点心，甚至还两坛子好酒。可越是这样，反倒越让他王老爷后背凉飕飕的，心里慌的一批，总有种被押赴刑场前吃断头饭的感觉。 于是很快，马车在乌泱泱几十名庆国骁勇将士严密护送下，缓缓向前驶去。对于王老爷来说，在豪华精致的马车颠簸起来都是要人命的。可更让他欲哭无泪，甚至心中有些莫名怒火的，还是唐娇这婆娘。就想不明白了，这妹儿到底是哪根神经不对劲？还真不是一般的头铁啊！明明庆国那女皇帝如此大费周章，针对的就是老子这个三番五次与之作对的生死大敌，跟她本来没多大关系。 结果他倒好，非得跟着一同前往。任凭他又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又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的，就是一副就算龙潭虎穴，我也要跟着保护你的德行，有鸡毛用啊！反正老子已经栽了，千算万算，没算过那女暴君，此番被相邀，羊入虎口，注定是凶多吉少。哪怕不死，估计也得脱层皮，刀山火海走一遭。结果他倒好，还非得上赶着再去送个人头。况且他还身份特殊。 乃是康国当朝重臣之女，去了能有好果子吃。然而此时，善善看着坐在斜对面这个小妞，那一脸如临大敌，紧张的俏脸苍白毫无血色，还偏偏一副生死无悔的蠢萌模样。本想再骂他两句，却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反倒突然感觉有些好笑，打趣了一句：“行了，别紧张兮兮的了。至少这一两天，在到达庆国境内之前，咱们还是安全的。”不到片刻功夫，马车便已离开翠屏山附近，算是彻底进入丹城之地。 随着继续前行，挑开车厢帘子，更隔三差五便能看见有庆国设立的岗哨以及来回巡逻的士兵。毫无疑问，已算是彻底进入了庆国大军掌控的腹地。而且，按照行进方向与距离估计，恐怕离太子被困的丹城也不远了。那狗东西饿死了没有？他不知道，可自己却心脏拔凉拔凉的。至少进入敌军掌控之地，也就意味着自己带来那两千将士及时发现，能迅速追上来相救，希望彻底破灭了。 队伍一路向北，可因为夜间赶路，行进缓慢，队伍是第二天早上才越过丹城之地，到达虎牢关一带。王修很清楚，穿过虎牢关这一大片崎岖山地，再往前一段路程，便算是正式踏入庆国境内了。其实，无论居宇关或者这虎牢关，虽两地只相隔三四百里路，却从来都是两国之间最为重要的屏障。两三百年来，两个宿仇大国之间，大大小小战事至少也打了几十场了。 早已不知在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两国多少将士的铮铮白骨，更不用说，就二十天前，就在这里，大康足足五六万热血男儿血溅于此，这让王老爷心中唏嘘不已。其实，包括跨过虎牢关一带，已属庆国境内的大梁府，包括旁边的九曲之地几座城池，王修启程前来时也了解过，以前本属于大康领土，乃是前朝衰地时被庆国大军攻占，至今已过百年。 两国之间此次大战，出动兵力七八十万之众。那女暴君虽名义上亲自坐镇指挥，可毕竟身为皇帝，自不可能亲涉险地，因此中军大帐也就设在了大梁府境内。一路颠簸，虽然心里慌的一批，可也实在架不住犯困厉害，最终还是靠在座位上浑浑噩噩睡去。可当他再次醒来，睁开眼睛，却发现又已经天亮，马车也已停下。没猜错的话，应该已是自翠屏山启程的第三天早上了。这两三百里路。 硬是足足走了一天两夜，唐娇明显一夜未眠，紧张凝重的脸蛋写满了疲惫，只唯独不知何时，这小妞已坐在了他旁边，很小心翼翼，一双玉臂枕着他脑袋。眼见他醒来，却又俏脸微微一红，殷若蚊重憋出一句：“我怕你睡得不舒服。”便不再说话。只是此时，王老爷哪有心情再调侃打趣他两句？而同样这时，听得外面高远那死太监的声音：“王俊公到了，请下车吧。” 与唐娇跳下车来，却只见眼前倒是好一片全新景象。只见此处与虎牢关一带或丹城之地截然不同，地势一马平川，极为坦荡。这眼前连绵不绝，却是搭建着一座座极具北地风格的营帐，密密麻麻，错落有致。不仅如此，还一对对身穿盔甲、手持长矛、威风凛凛的兵士交叉巡逻，来来往往。无疑，这里驻扎着的便是那女暴君的清军卫队了。而正前方不远。 却是一座极其气派的大帐，不仅高大无比，而且造型独特。敞开的正门外，还雄赳赳、气昂昂，分裂两队将士。高原岛依然一副笑面佛模样。王俊公，我朝皇帝陛下已在大帐等着您了，请随咱家来。随即做了个请的手势，便在前方带路。王修正了正色，也只得与唐娇跟上。说实话，尽管这一路上心里慌得很，可眼下反倒镇定了些许。哎，不管了，人死卵朝天。 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况且，虽然搞不清那女暴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仅仅是为了砍老子脑袋的话，应该也不至于如此大费周章，非得把老子从丹城之地带到这里再来砍吧？难道这里风水好点，适合长眠？或者老子这等少年奇才，尸骨埋在庆国境内，能助庆国提升国运？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当他踏入那巨大营帐大门，还穿过两道别致的勾栏屏风，到达里面时，却也不由得愣住了。 只见眼前是一个极其宽阔的大堂，里面陈设布局却是说不出的奢华气派，诸多装饰摆设极为考究。更重要的却是说不出的庄严恢宏，扑面而来，总给人一种无形的威严压抑之气，让他瞬间总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除此之外，左右两侧早已站了不少人，有身穿盔甲的武将，也有身着官袍的文臣。虽然没研究过庆国朝廷的规制，可能在皇帝近前站着的，必然官位不低。 只奈何一个个眼见他王老爷进来，却是凶神恶煞，面色冷凝。最匪夷所思的，却是正前方中央居然竖着一道巨大绿色屏风，让人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虽不清楚到底什么材质做的，可如果没猜错，应该可以从里面看清外面，从外面却根本看不清里面。不仅如此，屏风两侧还分别站着三四位宫女，应该是近身服侍皇帝的。这让王老爷顿时心中腹诽：难道果然被老子骂中了？ 那女暴君就是长得头大如牛，奇丑无比，不敢见人。高远倒是迫不及待，走到那屏风镜前，毕恭毕敬一躬身：“圣上，康国齐州郡公王修到了。”可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王老爷脑袋一下子炸了。只见大帐之中安静的出奇，没有丝毫声音。不知过了多久，只搞得他王老爷都有些后背发凉，浑身不自在。却只听到那屏风后不紧不慢，悠悠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声音不大。 语气平缓，还说不出的动听，更带着一种令人心生敬畏的威严之气。朕之所以邀请王俊公前来朕的中军大帐，也只是想看看是何等的少年奇才，才能写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这般足以千古流传又豪迈洒脱的诗句来；更想看看王俊公是怎样的铁骨铮铮，才能写出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这般荡气回肠又言辞如剑的文章来。毕竟，诸如王俊公这般名动天下的英才，令朕也忍不住几分好奇。 顿了顿，行了，拖出去砍了吧。大康京城，郑卓今日心情非常不错。才刚年满四十，却早在两年前便已坐上了吏部右侍郎的位置，官署从四品。这在整个大康朝廷都已算最年轻的四品以上官员了。更加难得的，吏部掌管着全国官员的任命、调动以及考核，也绝对是朝中最令人眼红的实权部门。前程自然一片大好。当然，这一切。 自是离不开当朝右丞相曹木、曹公的栽培提拔，但做官嘛，本来就是如此。最重要的不是政绩，而是站队阵营。这是他早在二十来岁刚踏入仕途时就深信不疑的道理。就像那郑明礼，倒是极有才干，又两袖清风，离京出任林州太守五年，更是政绩卓著。但那又如何？就因为自命清高，哪怕放着有个堂妹为宫中昭仪，却偏偏就是不爱在朝中走动。 结果一直熬到今年，才勉强被升为户部左侍郎，官阶也就仅比他高一级而已。而真正让他正着心情愉悦，却还是眼下大康与北方庆国的这场战事。如今虎牢关失守，太子以及七万多将士被困丹城，而居宇关前线两军又一直对峙焦灼，迟迟没有突破。丹城之地若失，不仅北方几大州府皆为鱼肉，金鸡都岌岌可危。因此，如今不仅北方州府南下逃荒的难民不少。 甚至京城都人心惶惶，但说实话，哪怕他正着身为当朝大员，朝堂上也必须表现得忧心忡忡，在没事愤怒愤慨骂,骂上两句“虎狼庆国，欺人太甚”，可内心对大康能否挺过这场危难，他并不关心，甚至相反，反倒更隐隐希望朝廷战事失利，丹城之地失守。倒不是他资敌叛国，而是非常清楚，若真到了那一步，哪怕大康自立国还从未有过先例，却也只能选择求和投降，割地赔款。 否则，大康只能迁都南下，偏安一隅。到时候，再多花些精力和钱财，狠狠煽动一下民意，再配合曹公门下其他同僚一起向皇帝施压。前几天他在朝会上提出的，将那齐州郡公薛觉为民交由庆国处置，来换取和平，换取谈判的筹码，就真的要实现了。毕竟，纵然那小儿与太子交情颇深，纵然深得皇帝喜爱，可那又如何？古往今来，换做任何一位帝王。 在江山社稷与皇权国祚面前，区区一个郡公算得了什么？其实吧，他郑卓与那王修小儿根本连面都没见过，更谈不上什么仇什么怨。可没办法呀，谁让那小儿当初那么不长眼，狠狠的得罪了左侍郎吴正德，更因为一顿操作将昔日灵州判司徐敬之弄进了大狱，因此受右丞相曹公所不喜。曹公与上司吴正德不喜欢的人，他自然得不遗余力去对付。况且吴正德还是曹公的得意门生。 能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儿一举置于死地，自然是大功一件。到时候，曹公心中大悦，再操作一下，他还不得快速再往上爬一爬，甚至一举成为曹公真正的心腹，也不是不可能。至于眼下，兵部与户部正不惜一切代价征召兵士，准备驰援丹城。他是根本不会相信，那能有什么效果，就能扭转战局的。况且还听说，几天过去了，征兵进展极其缓慢艰难，所以。 这让他如何不心花怒放？因此，大清早起来，只感觉空气都清新不少，连早膳都特意就着小菜多喝了两杯酒。然而，当他在去年刚纳进门那年轻乖巧小妾的服侍下，神清气爽走出府门，正要坐上官轿前往吏部衙门当值，却不由得猛地一滞。只见此时大门口正前方正停着一辆华丽精致马车，京城中混这么多年，一眼便能看出马车的建制规格极高，尊贵的吓人的那种。而马车前方。 正优雅款款站着一个女子，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脸蛋圆润白皙，身段丰韵却不显丝毫赘肉。着一身淡黄色锦衣，领口绣黑色蛟龙，正面带金丝牡丹凤,凤凰纹换花图案，头戴珠钗，腰系流苏。就这么安静站着，端庄而又典雅。可浑身上下那种身居高位的威严气势与强大气场，却让人心中生畏，不敢直视。这也就罢了，更令他正着捉摸不透的，却是女子。 只是面无表情望着他，可不知为何，目光之中总感觉一股刺骨的寒意，让他瞬间如同置身冰窟。更匪夷所思的，女子身后尚且还整整齐齐站着近二十人，与宫中禁军侍卫或是沙场杀敌的将士截然不同，身着清一色特制的黑铁盔甲，腰挎长刀，一个个面色冷酷，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却又总给人一种狰狞甚至肃杀阴森的气息。这群人的身份，他倒是已猜到。 皇城点招司的人，可这点招司却根本与朝廷建制中诸如大理寺、鸿胪寺或者京兆尹衙门下属各司衙门截然不同。设立于圣武皇帝时期，向来由皇帝亲自掌管。职责除了监察百官，更重要的却根本就是为皇帝搜集一些情报，或者处理一些诸如明辨或朝臣谋逆的大案要案。说实话，这才是真正令文武百官闻风丧胆的。至少传言被抓紧点招司的人就没有能竖着离开的。郑卓顿时便有些懵了。 完全摸不清状况，就算自己这两年在地方官员考核与提拔任命方面手脚不干净，收了些不该收的，大不了也是大理寺衙门处理，还不至于让堂堂皇城点招司出面吧？至于为首那女子，虽从未见过，也同样瞬间便已猜了出来。毕竟放眼整个大康朝，有几人有资格胆敢穿着这样一身服饰？尽管满心疑惑，却也只能战战兢兢走上前去，毕恭毕敬施礼，颤颤巍巍，臣。 吏部右侍郎郑卓拜见长公主殿下，可话音未落，接下来的情形却瞬间惊呆了。只见女子依然面无表情，可目光说不出的刺骨寒冷。可那般毫无征兆，反手便是一耳光，狠狠抽在她脸上，啪！一声脆响，直抽的他正卓步履踉跄，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紧随其后，耳边才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初时的大朝会上。” 就是你向圣上谏言，将齐州郡公削爵为民，然后交给庆国处置，来换取庆国的信任，换取休战谈判的。这一耳光是本公主替他送给你的。郑卓弓着腰，低垂着头，任凭脸颊火辣辣的痛，可哪敢丝毫轻举妄动，只是身子有些哆嗦的厉害，额头冷汗一颗一颗往下滚落。然而短暂沉默，却听得女子又一字一顿沉吟道：“另外，你涉嫌资敌叛国，还请郑大人点朝司走一趟吧。”于是刹那。 郑卓便彻底懵了，心脏瞬间跌落谷底，脸色一片煞白，如见到洪水猛兽般，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袭来，身子猛地一个踉跄，一屁股跌坐在地。可哪还顾得了那许多？语无伦次，声声大喊：“殿下，臣冤枉，臣冤枉啊！臣向来忠心于朝廷，忠心于陛下，从未有过资敌叛国之举，还请殿下明察啊！”不对，臣要面见陛下，恳请殿下让臣去见陛下。 如何不清楚？进了点昭司，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却奈何，任凭他惊慌失措，大叫个不停。女子只是笑笑，只是笑容依然冰冷的出奇，如寒霜凌冽。声音不急不缓：“你这一辈子都再也见不着圣上了。”本公主说你有资敌之举，那便是有。随即却再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只是葱断玉手，凭空一挥，朝身后一声吩咐：“拿下吧。”于是乎，郑卓便彻底绝望了。 瘫坐在地，万念俱灰之下，面若土灰，再无丝毫血色，身体如筛糠，哆嗦个不停。紧随其后，那群身着黑铁盔甲的点招司兵士自是大步冲了上来，三两下便将他如小鸡仔般架着，浩浩荡荡离开了。女子依然款款站在原地，才又一声轻叹，嘴角样样一阵呢喃：“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动了，想要置那个男人于死地的念头。”可没想到，同样这时，却见远处急匆匆驶来一辆马车。 眨眼便在跟前停下，还不等马车停稳，上面便跳下来一个身着翠绿长裙的俊俏丫鬟，神色慌张，声音哽咽：“禀禀殿下，刚有快马来报，齐州郡公于前天傍晚，在翠屏山一带，不慎被庆国皇帝亲自派人俘俘虏了。庆国大梁府女皇李青梅的中军大帐。咦，此时王修又何尝不是心脏跌落谷底，手脚都变得一阵冰凉？” 死死瞪着前方那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巨大屏风，脸已是比屏风还绿，大脑嗡嗡的响，已彻底化作一片空白。完了，彻底完犊子了！浪啊浪，这下爽了，终于把小命浪没了。与此同时，大帐之外，气势汹汹便冲进来四个威风凛凛的禁军，眨眼便已冲到跟前，着实就要把他架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唐娇却是一个箭步便已横在他跟前。 将他死死护在身后，死死瞪着眼前四个杀气腾腾将士，歇斯底里一声娇斥：“谁敢轻举妄动，我跟你们拼了！”脸蛋紧张的煞白，毫无血色，目光中同样一片深入骨髓的绝望。那架势就要跟几人同归于尽，却奈何就连腰间佩剑刚也在进入大帐前被解下了。一时间，大帐的气氛陡然变得更加剑拔弩张。与此同时，王修绝望之际，更是满腔怒火腾腾的烧，铁青着脸，扯开嗓门。 一声暴喝：“李青梅，你大爷！大爷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求饶是不可能求饶的，绝对不可能一把鼻涕一把泪，马上跪在地上大呼‘女皇陛下饶命’的。况且也根本没用，老子就这脾气，反正小命马上就要玩完了，跑也跑不掉。掉脑袋之前，就算骂也要骂回本来，免得到了阎王爷跟前才突然后悔莫及。”顷刻，满腔悲愤之下，气血翻腾，脑子都快要炸裂，气急败坏。 一声声大骂：“你个瘪犊子玩意，死三八臭八婆！你吓唬谁呢？来来，有种的站出来，让老子瞧瞧，到底长成哪副丑德行！是不是被老子的讨贼戏文说中了？头大如牛，蓬头利齿，一条命换劈头盖脸臭骂堂堂庆国女皇帝一顿，亏的也不多。气得原地直跳脚。不仅如此，还女皇帝，狗屁女皇帝，你就是个从小缺钙、长大缺爱，还内分泌严重失调的母夜叉！” 恶婆娘，女魔鬼，老子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心里变态扭曲，要砍老子脑袋，在翠屏山不动手，非得把老子拉到这里来。怎么，这样子你那颗扭曲的心很有成就感吗？来，来，动手，人死卵朝天。难怪据说都二十二岁了还嫁不出去，就你这样的，老子诅咒你一辈子没人要。等着吧，你最好动手干净利落点，否则老子就算变厉鬼。 也天天晚上给你来个鬼压床，恶毒婆娘母夜叉。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你他妈是说砍就要砍啊？瞬息间，却是将两侧那群庆国重臣气得浑身哆嗦，面色铁青狰狞，声声怒吼：“快将军帐掀开！大胆王修，竟敢对我朝陛下如此不敬，放肆！没听见圣上的话吗？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嫁出去？砍了、啊！”然而，同样这时。 正当他王老爷头昏脑胀，骂得正起劲，感觉还发挥超常，那屏风后居然并没如他所料，立马发狂一般冲出来一个长着血盆大口的猛兽。相反，只听得扑哧一声娇笑，可笑声中似乎又隐约带着些抽泣味道，然后又化作一片寂静。不知多久，才又传来那女子的声音，依然动听而又平缓，居然也不恼怒。王俊公骂够了吗？这番骂人之言。 可比你那讨伐朕的檄文中恶毒狠辣多了，而且听着诸多还是朕从未听闻过的言辞。怎么？难不成王俊公之前也用这些恶毒话语骂过哪位其他女子？王修怒气不消，压根就不想接茬。讥俏冷笑：“是又如何？老子还有更恶毒的狗皇帝，你想不想听听？”可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一下子愣住了。只听得那女子又沉吟道：“听就不必了。还有，朕得纠正一点。”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确没错。但是王俊公别忘了，你不是使臣，是俘虏。顿了顿，又朝冲进来的那几个禁军一声吩咐：“行了，都退下吧。”声音依然极具威严之气。王俊公是朕好不容易请来的贵客，怎能这么轻易就砍了呢？就算要砍，也得找个黄道吉日，用来祭我庆国军旗，不是？另外，给王俊公赐座。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这特么到底有什么情况？ 到底砍还是不砍？能不能给句痛快话？这样搞，老子脑袋还没掉，人心被搞疯了。这女暴君怕真是有点神经病吧？喜欢玩刺激是吧？难不成跟她那什么堂妹一样，有受虐倾向？被老子一顿臭骂，反倒骂得身心愉悦了？这庆国皇室的女子都什么恶趣味？却也只得讪讪在刚送上来的那张椅子上坐下，随即却又听到那屏风后女子声音传来。 素闻王俊公乃是康国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胸有丘壑与谋略。林州的新政变革更令朕耳目一新。只是不知王俊公可以猜到，此次两国作战，朕为何会对丹城围而不攻？鬼门关走了一遭，王老爷脸色依然难看的厉害。一声冷笑，怎么？女皇是想在我这个康国俘虏面前炫耀炫耀自己的军事才能？可出乎意料，紧跟着倒是几分玩味。没关系，算算时间，一切也应该快结束了。 本郡公给你说刀，说道，也没关系。这次落在你手里，算老子认栽。千算万算，没算计过你，小命多半也保不住了。但临死之前，能亲眼看看堂堂庆国女帝兵败如山倒，被气得发癫发狂，岂不也人生一大乐趣？短暂沉默，才一字一顿，牙缝中挤出一句：“你之所以对丹城为而不攻，只是因为，你真正要的不是丹城之地，而是居与关。”屏风后女皇帝没说话。 倒是两侧那群文臣武将瞬间骚乱起来，窃窃私语个不停，更多的却是义愤填膺，满面激愤之色。胡言乱语，黄毛小儿，信口雌黄，疯子，这活脱脱就是个疯子！我庆国泱泱大国，兵强马壮，将士骁勇，他何来勇气敢妄言？此战我庆国将兵败如山倒，庶子张狂，真是死到临头尚不自知！直到这时，王修才总算在人群中。 看见那兵部尚书李清，都老相识了。这个明显内分泌严重失调、早就更年期提前到来的老女人，身着官袍，也同样满面凶恶敌意，狰狞扭曲着一张脸，那架势就好像他王老爷砍了他老爹，再将她丈夫拖进小树林去搞了一般。对此，王老爷倒是无所谓，反正虱子多了不痒。眼珠子肆无忌惮在他那如平静湖面的胸前扫视两眼，投过去一记嫌弃鄙视的眼神，顿时更惹得这灭绝师太。 差点当场跳起来，没想到，任凭这群官员群情愤慨的厉害，屏风后那女皇帝倒似乎云淡风轻，声音依然平缓而动听。哦，王俊公此说法也算新奇，只是不知你为何就如此笃定？朕真正想要的是居宇官。王修倒是神色镇定了不少，坐在椅子上，面色依然几分玩味。道理很简单，虽表面来看，虎牢关与居宇关皆为我大康最重要的屏障关隘。 乃两国交战必争的战略要地，任破一关，庆国大军皆可南下，长驱直入我大康腹地。然而虎牢关之后尚且还有丹城，即便拿下丹城之地，也还尚需一路攻城拔寨，夺下几个州府，才能直逼我大康京师。虽说庆国兵强马壮，钱粮充盈，但这也难免横遭各地州府以及百姓拼死抵抗，横生变故。而大康朝廷也将有更多时间调兵增援，或是加固京师城池以及坚壁清野。 笑笑，可居宇关不一样，一旦攻破，放在庆国大军面前的便是一片坦途。而且距离我大康京畿也仅几百里路。当然，这只是两地相比较，夺下居宇关对庆国明显的优势。顿了顿，最重要的却是如今丹城虽被围被困，可里面终究还有我大康七万猛士和几万百姓。而庆国虽有十多万大军，又士气高涨，极具优势，可谁都清楚，攻城之战何其困难。 至少绝非一朝一夕的事，甚至到最后两败俱伤也不一定。屏风后女皇帝声音传来：“没想到王俊公久居林州府，对这北方战事倒也看得几分透彻。”然而王修根本不想接他的茬，又讪讪笑笑：“当然，这还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可真正让本郡公基本能断定如此，还是因为汇总我所能了解的关于居玉关前线所有的军情。其一，居玉关有着庆国族十五六万大军，而虎牢关失守。” 哪怕庆国伤亡同样惨重，但增援三万将士围困丹城，却并没有从居玉关抽调一兵一卒。由此可见，在你李青梅的眼中，哪怕虎牢关战事已取得极大胜利，可重点依然在居玉关。其次，两国交战至今已几月，庆国展开几次猛攻，两军虽各有伤亡，但庆国已极具优势，攻破居玉关也指日可待。然而，在本郡攻岐山关一战，而本老爷又带回来几千飞天大球的消息，人尽皆知后。 居宇关的庆国大军却停止了大军猛攻，聚集一起的十五万大军彻底散开，分成了十多支队伍，分别扎营，处于焦灼对峙，再也没有过全军出击猛攻之态。很明显，你李青梅在忌惮本军工的飞天大球，因为你摸不透那几千空中大杀器到底在哪儿。因为围困丹城也罢，居宇关十五六万大军分散开也罢，多了灵活机动性，那玩意还没那么大威胁，最多骚扰骚扰。 可若是十多万大军合兵一起，正猛攻关口之际，头顶突然出现本郡公几千飞天大球，在空中用火攻，你庆国必败。即便居宇关与岐山关地形不同，形成不了那种关在笼子里烧，逃都无处逃的局面，但是对面还有我大康十多万大军。大帐之中顿时陷入安静。只见王修神色依然平静，而这恰恰又正是你李青梅对丹城之地围而不攻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必须要亲眼确认看见。 本郡公从岐山运回来的飞天大球不在居玉关前线，毕竟这种动辄伤及国本的大战，其中虚虚实实，若不亲眼确认的话，谁也不敢妄下决策。而且你又深知大康太子与本老爷是兄弟，他被困丹城，本郡公必不会坐视不管，更不会将注意力放在居玉关。本郡公手中唯一能用的筹码，只有我朝皇帝赏赐的那块可以调集两千将士的令牌，以及几千架飞天大球。为丹城而不攻，却增援三万。 做出一副不拿下丹城之地誓不罢休的姿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逼本郡公带着那些飞天大球来丹城之地，想方设法营救太子。如此，居玉关十五六万大军便在无所忌惮。又恰逢虎牢关失守，丹城被困，我大康将士士,士气最低迷的时期，便可再次合兵一起，一鼓作气，趁势拿下居玉关。只是说着说着，脸上已是一片笑容，而且很不幸，这一切似乎已完全印证了本郡公的推测。记得前日在翠屏山下。 那高公公将本郡公团,团团围住之时，吩咐其中一名手下快马加鞭赶来禀报你李青梅，还说什么贵客已经请到了。如果没猜错，他真正要快马加鞭禀报给你的，正是已经亲眼确认，我已经带着让庆国大军忌惮的几千飞天大球到了丹城之地。而你李青梅在得到情报第一时间，应该也已迅速下达了军令，令居宇关十多万大军迅速合兵，展开猛攻了吧？因为你必须要抓紧时间，赶在我带来那两千飞天大球队伍。 反应过来，迅速驰援居玉关之前便动手，倒是好一手声东击西的计谋。皱着眉头算算时间，虽说才过了两天一夜，可如果你庆国军令官快马加鞭，换马不换人的话，昨天夜里居玉关前线恐怕已经开战了。或许过不了多久，你李青梅便能得到前线战报了。大帐中顿时安静的出奇，再没人说话。那群庆国文臣武将愤愤望着这边，满是错愕惊讶之色。不知多久。 倒是那更年期，李清再忍不住了，站了出来。一福笑，很好，很好，果然不愧是康国威名远扬的齐州郡公，岐山关一战，更名冠天下的无双国士，胸有沟壑，智谋惊人，倒是对我庆国朝廷的用兵大策分析的头头是道，一言不差，倒是令我等大开眼界了。既然如此，本尚书也不藏着掖着了。没错，我庆国大军围困丹城，真正的目的便正是要逼你王修将那飞天大球调来丹城之地。 如此，我居宇关的十数万将士便再无所忌惮。而且昨日上午，我朝陛下也下达了军令，对居宇关展开最后的猛攻。随即，更一丝不屑冷笑。可即便这些都被你王修猜测得清清楚楚，那又如何？你成了阶下囚，而你唯一有权调动的那两千灵州驻军，尚且还在丹城之地，你又能如何？然而话音未落，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在场所有人一下子呆住了。只见王老爷倒也不怯。 相反，甚至还难得气定神闲的翘了个二郎腿，已是一脸灿烂笑容。那你猜，为何明知道是你们声东击西的计谋，本郡公还是来了？又有谁告诉你，本郡公只有全调动两千将士？瞬息间，所有人一片愕然，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晌，却只听得屏风后那女皇帝突然一声惊呼：“城防司，你还调动了临州城防司，他们在哪儿？”然而，王老爷反倒一点不急了。 舒坦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一脸笑眯眯，望着李清。瞧瞧，你家皇帝都比你这堂堂兵部尚书要聪明的多，一下子就猜到了。你们想要的是居与官，本郡公又何尝不是？既然难得李尚书开诚布公，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实不相瞒，早在本郡公出发来丹城之地时，为了稳妥，为了保密，林州城两千城防司官兵便已分作几波，扮作运送粮草的队伍或者行商。 浩浩荡荡拉着其余的一千多飞天大球去了居宇关前线。你们庆国要玩声东击西，本郡公何不将计就计？还不忘撩拨两下额前发丝。知道为何？本郡公临行之前还得写上一篇讨伐檄文，还得先造造势，闹得人尽皆知吗？搞得从林州出发，人还没走多远，到处都知道本郡公带着两千将士驰援丹城之地来了。包括来了之后，明知道那飞天大球空中放火对丹城之围根本作用不大。 还偏偏吩咐手下将士驾着飞天大球，每天从空中来上两遍，动静搞大一点。目的不就是除了给城防司的官兵吸引注意力、打掩护，以及让你们庆国君臣能够确信本郡公带着所有家当来了丹城，根本想不到居宇关会生变故。不这样的话，你们又怎能彻底放心？然后立即下令居宇关十多万将士合兵猛攻。你刹那间，李清咬牙切齿，恼羞的厉害。可尽管如此，却依然只是一声冷笑。 可那又怎样？纵然居雨关前线，尚且还有你的一千多飞天大球。可我庆国大军猛攻关口之时，天上降桐油了，难道还不知迅速撤退，放弃进攻？你又何来的勇气，竟胆敢妄言？我庆国将兵败如山倒，却奈何王修也不恼怒，反倒笑得更加得意。你说的没错，从天上浇桐油浇个遍，再点火，其中所需时间不短。有了岐山关之战的先例，天上突然降桐油了。 甚至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飞天大球，你庆国大军自是不可能傻乎乎站在那里等着放火。然而紧跟着投过去一记看白痴的眼神，可又有谁告诉你本郡公调往居宇关的城防司官兵带的是桐油？哦，忘了介绍了。自得知丹城被围的消息，本郡公可是研究了一天一夜，总算研究出了一种新玩意。那玩意就拳头般大小，长圆柱形的，还带着个可以握的手把。拿在手里，只需要轻轻一拉下方一个小小扣环。 然后从半空往地上一扔，立马就爆，砰的一声，一下子炸翻三四个大汉，也问题不大。这玩意可比泼桐油再点火省时省事多了。你庆国十多万大军汇集一起排兵布阵猛攻关口，即便一发现天空中突然飘来了飞天大球，立马改变阵型四散撤退，可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将士，恐怕也难免伤亡惨重吧？知道为何初二本郡公就得了丹城被围的消息，初八才启程？没办法呀。 那玩意仅仅研究，在家反复试验，都费了我一天一夜。接下来，无论林州府的匠造司以及我的商行作坊，秘密的加班加点赶制，没日没夜搞了几天，也才只造出来五万克而已。只是这五万克，如果全朝着你们庆国大军将士密集的地方丢，哪怕能逃走不少，可也应该死伤不少吧？咧开嘴笑得贼欢乐。哦，对了，本郡公还亲自给这种新武器取了个名字，叫“小小炮仗”，是不是很有文化？ 很有诗情画意，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只是说着说着，却又神色一暗，摇头长叹：“千算万算，只实在没算到女暴君不知全身心投入到前线战事中，居然还一边打起了活捉本郡公的主意。”失策啊，失策、啊！一时间，大帐再次陷入寂静中。不仅那群庆国文臣武将面面相觑，就连唐娇也是一脸疑惑诧异，明显听了半天，完全搞不懂那什么小小炮仗。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过了多久，却听到那屏风后悠悠传来那女皇帝的声音：“王修，难道你就不怕朕真的会杀了你吗？你为何偏偏为康国之臣？”只不知为何，声音似乎变得有些凝重，有些沙哑。可同样这时，却隐约只听得营帐外响起一阵语无伦次的大喊声，由远及近，紧急军情，居羽官，紧急军情，快闪开，有紧急军情呈报陛下。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大帐外骤停，紧跟着便见外面火急火燎冲进来一身着庆国军制盔甲、头顶红羽的兵士，明显经过长时间马不停蹄的奔袭，早已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走路都跌跌撞撞。冲到中央，一下子瘫坐在地，神色慌张，甚至满面悲凉之色，一声怆然大呼：“禀陛下，居玉关一战，我军败了！”刹那间，大帐之中一片哗然。 那群庆国大军面面相觑，满是骇然错愕之色，却见那兵士扭头望一眼旁边王修，明显早在解刀进来之前便已得了信息，投过来一记愤恨眼神，闭上嘴不再说话。然而那屏风后又传来女皇帝冰冷的声音：“没关系，讲吧。”那兵士这才转过头，战战兢兢，满面惶恐，禀陛下：自昨日中午，上将军得了兵部快马加鞭传来的紧急军令，便立即下令。 则居宇关前线分散驻营的各部将士迅速合兵，而就在昨天傍晚时分，大军全线出击，对居宇关的康国守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猛攻。声音沙哑的厉害，本来咱不仅有着人数上的优势，又皆为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更士气高涨。上将军更是身经百战，用兵如神之奇才，猛攻才仅仅一个多时辰，康国守军便已节节败退。随着战线越来越收拢，眼见着马上就要攻破居宇关。 甚至大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直袭康国金鸡一带，都近在眼前。可谁知？可说着说着，堂堂军中男儿，苍白毫无血色的脸上，竟已满是泪水，声音哽咽怆然。可谁知，就在这时，不知从居宇关附近哪一片山林里，突然冒出来一队康国兵士，如天兵降临，大约一千多人，全都架着康国那什么，足足半间厢房大的飞天大球。 借着月光，瞬息间功夫便已密密麻麻全飞到了咱庆国将士的头顶。明明看得见，可咱的弓箭手根本射不到。浊泪纵横，目光中更带着些如见着魔鬼般的恐惧。上将军眼见形势不妙，自是立马下令，大军立马后撤，停止进攻。可不曾想，这一次那些可恶的康国人根本就不是如岐山关之战那般，从半空往下浇桐油，然后火攻，而是从空中直接往咱庆国军阵中。 丢一种无比稀奇古怪的东西，看着看着也就拳头般大小，黑乎乎的，好像还冒着黑烟。一掉在地上，立马便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旁边的将士们瞬间便被轰得人仰马翻，甚至就连地上都能被轰出一个大坑来。那东西威力无比巨大，关键当时咱庆国大军正处于军阵密集之时，向后撤分散开根本就来不及。万念俱灰，不停摇着头。仅仅半个时辰，那飞天大球竟往下扔了足足好好几万克。 咱十五万兄弟死伤无数，估计都足足打五六万之多。而紧跟着康国大军蜂拥而出，对咱们展开了全线反击。咱将士们四处逃散，军阵早就七零八落。情急之下，上将军虽迅速组织大军结阵抵抗，可哪还是康国人的对手，只能一边艰难抵抗，一边后撤。末将奉上将军令，快马赶来奏报时，大战还在继续，而我军伤亡加起来恐怕都已过半。看那架势，康国大军士气高涨下。 不仅想一鼓作气夺回前两个月丢失的几座城池，甚至极有可能还将反攻入咱庆国腹地。趴在地上，又一声悲戚大呼：“陛下，咱们败了！”寂静，这象征着这个屹立于北方大地最强盛的国家最高军政指挥中心的中军大帐，彻底陷入一片死寂。再没人说话，那群庆国文臣武将面面相觑，惊骇的无以复加，一个个瞪大着眼睛。 只死死望着那依然趴在地上的兵士，满脸不敢置信的震撼。如何想象得到这场有着绝对优势的决战，拿下居玉关，从此一举直扑康国经济地区都近在眼前，却就这么败了，还败得如此彻底？就连唐娇都是错愕惊诧的厉害，唯独王修讪讪坐在椅子上，左瞧瞧，右瞧瞧，脸色一阵黑一阵绿。爽了、啊，这一下是真的玩大发了。虽说早有预料，可谁知道？ 前线的军情这么快就来了，这是想让老子多活一会儿都不行啊！细言提炼之术，建言景隆皇帝对夏国突袭，还有那讨贼檄文，跟眼下这场大战比起来，根本就是毛毛雨呀、啊！那女暴君今天要是不把老子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蘸点小料吃了，再把骨头用来炖汤喝，老子都瞧不起她！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一声惊呼：“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总算彻底打破平静。 那群庆国文臣武将瞬间混乱哗然起来，败了，就这么兵败了？不可能，定是前线军情有误。我庆国大军皆为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师，就算拿不下巨玉关，又怎可能如此惨败？七八万将士就这么折了，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那什么小小炮仗，竟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一时间，惊呼声、叫骂声、捶胸顿足、悲叹声此起彼伏。 中军大帐瞬间彻底笼罩在一片悲愤苍凉之中，就连翠绿屏风两侧那侍立着的几个宫女也不由得偷偷抹眼泪。与此同时，一个个在望向中央坐着的王修，更是恼羞交加的厉害，满腔悲愤之下，似乎就要一窝蜂扑上来，将他剁成肉酱。怒吼声、谩骂声震耳欲聋，那兵部尚书李清更气得浑身直发抖，脸色惨白，双眼充血的厉害，大口喘着气，只如一头已彻底丧失理智的猛兽。 喉咙声声嘶哑，怒吼：“王修恶贼，你害我庆国苦矣！本官今天跟你拼了！”若不是旁边两个官员拽着，那架势，今日非得跟他王老爷抓头发、扯衣服搞一出，哪怕同归于尽也是极好的。奈何骂着骂着，泪水却是一下子就滚了出来，身形一个踉跄，似乎差点昏死过去。败了，就这么败了。与此同时，站在最前端，一个身穿盔甲、头戴顶翎、高大魁梧却须发皆白的老将军，更是怒不可遏。 狰狞扭曲着脸，一个箭步窜了出来，朝那屏风一拱手：“陛下，虽说两军交战，兵不厌诈，但这王修小儿生性恶毒，不仅对康国朝廷尽献细言提炼之术，令我庆国损失惨重，又极力主张先发制人，偷袭夏国，致使如今草原烽烟四起。讨伐檄文，再有刚才那不堪入耳的辱骂之言，更是对我庆国皇帝陛下大不敬。而如今居与关大败，奇耻大辱，更皆因这小儿所致。种种迹行。” 乃是我庆国之大敌，是可忍孰不可忍！恳请陛下切莫一时之人，速下旨意，将此恶贼处以极刑，并昭告天下，以振军心，以泄民愤。若留得此子命在，他日必为我庆国之心腹大患。顿时，更不少人站出来高声附和：“臣附议。”“是啊！”“恳请陛下立即下旨，除此大敌。”一时间，大帐之中场面更乱成一锅粥。然而， 任凭这群庆国大臣叫嚷的厉害，王修反倒笑了，缓缓站起身来，似乎丝毫没意识到身陷囹圄，接下来将是怎样的万劫不复。走到前方，只是冷冷望着这群满腔激愤的官员，怎么这就受不了了？你们庆国君臣狼子野心，虎视眈眈，觊觎我大康千里沃土，大举挥兵南下，战火操戈之时，怎就没想过今日？绞尽脑汁围困丹城而不攻？ 逼迫我大康朝廷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丹城之地，却趁机对居玉关展开猛攻，好一出声东击西之计谋。那便是你庆国君臣理所当然运筹帷幄，而本郡公借坡下驴将计就计，同样在居玉关拿捏你庆国大军，就变成了恶毒奸诈之徒。瞬间已是一脸讥诮冷笑。暂且不说两军交战兵不厌诈，而本郡公身为大康之臣而已，难道你庆国将士的命就是命？我大康男儿的命？ 就分文不值，或是在诸位眼里，你庆国的百姓便高人一风，而我大康的百姓就活该为了躲避战乱四处逃荒无家可归，甚至被你们肆意欺凌，命如草芥。目光冷凝的出奇，一片赤裸裸的嘲讽。没关系，自从来了你们庆国的境内，本郡公就没想着能有命活着回去。但念在本郡公立下大功的份上，我大康皇帝自会保我妻儿终身富贵平安。可今日我送你们一句话：一群不知所谓的东西。 你顿时，众人更恼羞的厉害，浑身直哆嗦。特别刚站出来，那老将军更气的胡子都快一根根翘起。庶子无礼，庶子猖狂，死到临头尚不自知。可没想到，这时那屏风后只传来女皇帝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够了！”场面顿时安静下来，沉默半晌，才又只听得一声长叹：“王俊公说的对，两军交战，兵不厌诈。此番我庆国大军巨关大败。” 也怨不得人，众卿如此反应，反倒失我庆国大国气度。只是声音似乎有些沙哑疲惫。另外，王俊公乃是朕特意请来的，如何处置，朕自有定论。高远，先领王俊公以及这位唐姑娘下去休息吧。我等君臣还需商讨接下来的应对之策。瞬间，众人更一下子急了。陛下，万万不可呀、啊！陛下，请三思啊！却奈何，屏风后只传来女皇帝一声沉吟。 你们是要逼宫吗？顷刻，这群庆国文臣武将吓得够呛，脸上再无血色，齐刷刷拜倒在地，静若寒蝉，面若土灰，却哪还胆敢再多言一句？就连那须发皆白的老将军也是吓得额头冷汗一颗一颗的掉。更匪夷所思的，那女皇帝居然并没有如预料那般对待俘虏，五花大绑，先折磨的生不如死，然后丢进哪个大牢关起来，睡草席被蚊虫叮咬。相反，居然在距离中军大帐不远，单独设置了两座，虽然不大。 但颇为别致的营帐，他王老爷与唐娇一人一间。不仅如此，里面不仅整理的干干净净，陈设物事更是极为考究，还备了不少瓜果点心以及美酒可供享用。而且帐门外还随时候着两个宫女听候差遣，反倒一下子将他王老爷给搞不会了，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那女皇帝到底要唱哪出戏。都这个局面了，居然还能沉得住气，不但不赶紧砍老子的脑袋泄愤。 反倒还好吃好喝招待着，视为上宾。就这胸怀，这气度，不是一般人啊！难不成真看老子长得帅，动了让老子给他侍寝当面首的歪心思？嘶，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啊！又或者见老子拿捏敌国还是有一套，想要许以高官厚禄，甚至爵位拉拢收买，助他成就雄图霸业？可如果这样的话，别说老子在林州那么大的家业，朱妙宇倒还好说，毕竟身为南楚国王景龙皇帝，想要动他。 多少还得掂量掂量，可苏婉晴与郑妍儿，包括一家子丫鬟仆役，绝对都是九族消消乐。只唯独两座营帐外，还不少女皇帝的禁军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接下来倒是平淡无奇。王老爷也算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人死求朝天嘛。转眼已是夜幕降临，晚上时分，那两宫娥居然还送来几道丰盛晚餐，外加一壶好酒。虽说心里慌的一批，但抱着就算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女皇帝砍脑袋。 可也绝不能当个饿死鬼的心态，倒是吃喝了个酣畅淋漓，然后倒头便睡，浑浑噩噩中甚至还做了两个美梦。然而也不知过了多久，睡得正香，可不知为何，心里突然猛的一个机灵，被惊醒了。被窝里睁开眼睛，却一下子呆住了。只见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营帐中，自己那床沿前，不知何时，赫然正端坐着一个女子。尽管帐篷的斜面上方有一块比脸大不了多少的小窗口，有月光投射进来。 奈何根本看不清女子的面容，只隐约能模糊看见这一身轻纱拖地长裙，头戴珠钗，身段曼妙而又婀娜。就这么坐在床前一动不动，目光悠悠望着他。顿时，王修吓得一哆嗦：“鬼呀、啊！”无论换作是谁，半夜睡得正香，一睁开眼，床边却莫名其妙坐着个女人，一动不动盯着自己，都绝对不是什么美妙的体验。可同样，这时不等他惊呼出声，在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 只见女子明显也瞬间发现他醒来，娇躯猛地一颤。可说时迟那时快，竟是那般匪夷所思，气势汹汹，猛地便扑了上来，丝毫不顾大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还举止暧昧，令人浮想联翩。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便已将他死死压在身下。与此同时，只如被他王老爷吃干抹净再无情抛弃，心中憋着滔天怒气怨气，这一刻彻底爆发，一双粉拳竟是朝着他劈头盖脸使唤过来。 虽说力道不大，却是一拳接着一拳，以一副发飙暴走、乱棍打死老师傅之态，毫无章法。不仅如此，更还不忘照着他胳膊、胸膛，又是掐又是揪的，也不说话，大口喘着粗气，只鼻息中还隐约阵阵含糊不清的冷哼：“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于是刹那间，王修便彻底懵了：“我操，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莫名其妙啊！可堂堂七尺男儿，哪能被一个娘们莫名其妙摁在床上搞一顿？” 瞬间更是心中怒火腾腾的烧，气血翻腾，直冲天灵盖，不顾一切就要将这疯子婆娘一把推开，再一脚踹翻在地。大爷的，哪里突然冒出来的疯子婆娘？有毛病啊！看老子今天不把她打哭在这里，算他命大。可没想到这疯婆娘隐约间看着身段曼妙，至少跟粗壮、强壮两个字沾不上边。可满腔怨愤之下，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再加她身上。 本还盖着床薄被褥，手脚完全被裹在里面，又被这婆娘折腾的浑身火辣辣的疼，居然根本使不上劲来。眨眼间功夫，估计身上都已被揪出好几块淤青。还好，片刻间功夫，这疯子婆娘一顿近乎癫狂的发泄，似乎总算没了力气，动作渐渐慢了下来，只是一只小手撑在他胸膛上，累得喘气如云，香肩不停耸动。可随即却又丝毫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他，进府下身，又是狠狠一口。 死死咬在他肩膀上，死！一阵酸爽无比的疼痛袭来，更让他王老爷顿时冷汗直冒。然而电光火石之际，不等他趁机赶紧将这婆娘从身上推开，然后反败为胜，将她压在身下，砂锅大的拳头打回去。接下来的情形却又让他一下子崩溃了。只见这女子一顿山崩地裂、天昏地暗的发泄，似乎总算解气了。可紧跟着那般毫无征兆、温润谈口。 竟是狠狠堵在他厚实的嘴唇上，虽动作生疏，却那般威猛霸气，毫不拖泥带水。阵阵温润于女子的幽香传来，王修瞬间呆住了。轰的一声，脑瓜子嗡嗡的响，炸了，如遭雷击，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甚至都忘了赶紧挣脱开来。可与此同时，却只感觉脸上有女子滚烫的泪珠滴落下来，一颗、两颗，无声的滚落。画面彻底定格，时间如同静止。 时间流逝，不知多久，女子情绪似乎才总算平复了许多，终于将她轻轻放开，依然一言不发，只是一声轻叹，似乎想说点什么，却偏偏什么也没说出口。良久，转过身，款款便朝营帐大门外走去。然而，刚走两步，黑暗之中却又隐约传来一声哽咽：“冤家，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奈何声音依然含糊的令人听不清楚。王修只明显感觉得到，他好像哭了。 随即，那道朦胧曼妙的身影便已消失在门外。我是谁？我在哪儿？王修一动不动躺在被窝里，一边使劲揉着被掐、被揪、被咬的部位，神情呆滞，欲哭无泪。惊魂未定下，心脏依然扑腾扑腾跳得厉害。谁能告诉老子，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半夜睡得好端端的，莫名其妙被个疯子婆娘摁在床上，又揪又掐，又被抱着亲了一口。关键，这要是传出去，老子也没脸活人了。 这庆国都是什么虎狼之地？关键刚才那疯子婆娘到底特么的是谁啊？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老子也没得罪哪个女人啊，怎么就这么大仇这么大怨的？唯一最有可能的便是李清，毕竟对外作战乃是兵部之责任。结果一番精妙无比的算计，却被老子将计就计一番骚操作，居与关一战搞得全军溃败。作为统领庆国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这能受得了？ 上午在女暴君中军大帐的时候，都恨不得冲上来咬老子两口，实在受不了战事溃败的打击，偏偏那女暴君还拦着不砍老子脑袋，怒急攻心之下，半夜偷偷摸摸跑来出口恶气，相当合理。毕竟女人嘛，总是小气。可关键是，虽说营帐中太黑，看不清长相，可明显刚才那疯子婆娘身材要苗条曼妙许多。更主要，刚趴在老子身上，抱着老子肩膀咬的时候，趴在身上。 虽隔着被子，却明显感觉胸前不是平的，而且还很挺很弹，绝对不是那更年期老女人。更何况，即便真是那苦瓜脸老女人来打老子一顿，还能接受；可抱着亲一口，就实在过分了。或者那女暴君，这倒也是极有可能。毕竟，别说老子三番五次跟庆国为敌，眼下更害得庆国前线惨败。仅仅是上午在中军大帐劈头盖脸那一顿死八婆母夜叉的臭骂，纵然心胸再宽广， 能忍得了？可关键，既然这么大的仇怨，为何不直接砍了老子脑袋，再曝尸三日，以泄心头之恨？反倒还留着老子一条命？至于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老子，况且这也不符合堂堂权倾天下的庆国女帝九五之尊的身份啊！而且还是那句话，又揪又掐搞完了，还亲一口，是几个意思？又或者，压根是女皇帝此番一驾大梁府前线？ 随行的某位女官员或者宫女被陈世美骗了感情，又骗色，还被无情抛弃了。又爱又恨之下，半夜偷摸来找负心汉出口恶气，结果跑错营帐，误伤老子了。可也不对啊，外面女皇帝的亲随禁军围得严严实实的，普通官员或者宫女没那女皇帝的手谕，苍蝇敢往里面飞都得打折两条腿。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女鬼压床了。接下来后半夜，王老爷硬是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这虎狼之地实在太凶险。 太残暴，关键更害怕睡得正香，一会儿又莫名其妙进来一个，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才终于稍微松一口气。然而刚起床洗漱完毕，便听见帐房外传来高远的声音：“王俊公，起来了吗？”可当他撩开营帐连门出去，却又一下子愣住了。只见眼前与昨日所见到截然不同一番景象，前方远处一个个庆国禁军将士正来来回回忙碌着，将一座座护卫中军大帐的营帐拆除打包。 昨日还整整齐齐、一片戒备森严而又恢宏的驻军大营，已变得几分狼藉。那些禁军将士虽在一边忙碌着收拾，却总显得如丧考妣的垂头丧气，面色低落，甚至几分怆然。偶尔间还声声长吁短叹传来，甚至隐约还有抽泣。无疑，昨日庆军于居宇关大败的消息早已传得人尽皆知。可两军交战，必然如此，一家欢喜一家忧。除此之外，那死太监高远。 依然身着一身宫中官袍，正领着两个小太监站在门口，倒是与那日在翠屏山下领着几十个庆军大汉将他王老爷团团围住那副弥勒佛般的笑眯眯模样截然不同。同样神情凝重，忧心忡忡，虽不至于哭，至少笑是笑不出来了。眼见他王老爷出来，虽投过来一记不甚友好的目光，倒是迅速正了正色，一声怆然长叹：“郡公爷，刚一大早天还未亮，圣上已下了诏令。”略微迟疑：“哎，没关系。” 也不是什么重大军机，告与郡公爷知也无所谓。如今就因为王郡公的雄才大略，前线战局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圣上已下令居宇关前线由上将军一边组织残部继续抵抗你们康国的反攻。不仅如此，兵部还决定从丹城调兵六万驰援居宇关，对丹城合围的其余七万将士退守虎牢关。摇了摇头，苦笑：“咱家倒是恭喜王俊公了，丹城之围解除了。”您的兄弟，康国太子。 安全了，同时圣上还决定了向康国递交休战国书，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康国的使臣便要来咱庆国进行休战谈判了。王修没说话，只是神色说不出的玩味。说实话，对此倒丝毫不敢意外，相反意料之中。就因为老子一顿操作猛如虎，两国之间这场出动兵力七八十万、轰动天下的生死大战，局势却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居与关一战，庆军损兵折将极其严重。 虎牢关也并没占到多大便宜，要想再猛攻、大举进犯大康，甚至直逼金鸡之地，已是不可能。至少眼下，以优势不在，那女皇帝唯一的选择也只能如此。可没想到，短暂沉默，高远却又悻悻道：“另外，圣上已决定了，今日圣驾便班师回京了。至于王俊公，圣上并未说如何处置，所以恐怕还得劳烦俊公爷一同到咱庆国京城走一趟吧。” 剩下午时便将准时开拔，而此去梁都尚且还四五天行程，所以咱家前来也只是告知郡公爷一声，收拾收拾，早点做些准备。于是乎，王修便愣住了，眉头紧皱，脸色漆黑。那女皇帝是真有点不正常啊！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如今两国之间这场大战大局已定，既然都已经决定递交休战国书了，对于老子这个一手导致了庆国惨败局面的罪魁祸首，要么直接砍了。 要么就给点盘缠放老子回去呗。从林州出发前，老子锅里还卤了肘子，忘了关火，锅恐怕都快烧烂了。可偏偏又不杀又不放的，把老子再带到庆国京城梁都，他想干点啥？难道直接砍脑袋不足以泄心头之恨，要带回去慢慢折磨？又或者是想把老子带回去，接下来两国谈判中拿老子来要挟大康朝廷？可他是不是太天真，太高看老子在那景龙皇帝心中的地位了？ 纵然老子这一年也算为大康立下不少功劳，长得也还算好看，可自古帝王最无情，在国家利益甚至事关两国未来版土城池划定，我一个区区郡公的脑袋算个狗屁啊！更何况先有平定南楚之乱、开疆拓土之大功，再有如今居宇关大捷，功高都不知盖了多少主了。那景龙皇帝说不定正在琢磨怎么找机会剁老子脑袋呢，这不是瞌睡遇上枕头吗？一时间黑着脸，已经不想说话了。 本还想从这死太监口中打听打听，此番虽女皇帝前线亲自督战前来，随行的女官员或者宫女中有没有一个年轻，而且好像长得腰细屁股圆，说话还瓮声瓮气的妹儿，最终还是放弃了。哎，半夜睡得正香，莫名其妙挨顿黑打，还被抱着亲一口，伤害不大，可侮辱性极强，关键还实在不好意思到处去宣扬，丢不起这张脸啊。时间已近黄昏，大康北地燕庆府。 一条破烂崎岖的便道上，一辆华丽别致的马车正缓缓行驶着。虽道路坑洼，行驶极其缓慢，却一路向北，义无反顾。任凭落日的余晖拉长着影子，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地，终究有些孤独。马车四周还寸步不离跟着二三十个身材魁梧的粗狂大汉，却都是着行商打扮。虽都骑着马，可也不知已一口气经过了多久的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满,满是疲惫之态。尽管如此。 一个个却又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满是戒备紧张之色。而这时，行进在最前方，为首一个皮肤黝黑的大汉，却是一摆手，令队伍停下。紧跟着，策马蛇身，径直奔到那马车旁边，毕恭毕敬一拱手，压低声音：“禀殿下，前面再有七八里路，便是丹城之地了。咱虽是以普通行商身份前往，又拿了过关关贴，可眼下两国正在大战，庆国十余万大军围困丹城，进了丹城之地。” 恐到处都是庆军暗哨，处处凶险。而殿下金贵之躯，万一被敌军识破身份，还望殿下三思啊！没想到车厢内只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乃又怎样？”声音哽咽。太子在丹城，暂时倒还无性命之危，可那个男人却已身陷囫囵，落在那女皇帝手中，随时都可能人头不保。你让本公主如何能冷静三思？殿下，殿下！一匹快马从前方飞奔来。 四是队伍行进刺探情况的哨子，眨眼便在近前停下。马背上那矮壮汉子累得喘气如牛，竟是一脸匪夷所思、见鬼的表情，拱手行了一礼，神色茫然芝芝物物，支支吾吾：“禀殿下，前方形势已探明，丹城之围解除了。”瞬间，车厢内女子尚未说话，带队那黝黑大汉却是一声惊呼：“怎么可能？”谁人不知？自从虎牢关失守，庆国十三万大军便将丹城围困的滴水不漏。 气势汹汹是要一鼓作气拿下丹城之地，从此大举攻入咱大康腹地。而如今朝廷紧急征召将士驰援，都尚未出发，丹城之围怎可能解除？况且这一路行来也未曾听闻丹城又发生了战事。更声色俱厉一声呵斥：“你知不知道，此番前往庆国，咱们的职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护卫长公主殿下安全。若因为情报有误出了什么纰漏，你担得起责任吗？”再探。 其余二三十名行商打扮的侍卫，也同样满脸不信，甚至几分愠怒。可没想到，被一通训斥，那矮壮汉子反倒有些急了。可事实就是如此啊！卑职刚才还遇上了两队咱大康巡逻警戒的将士，正是昔日被困丹城的守军，此事千真万确。哦，对了，是居宇关大捷，是齐州郡公运筹帷幄，用兵如神，于居宇关大败庆军。什么？话音未落，车厢内一声沙哑惊呼。 紧随其后，便见香莲掀开，在一个俊俏丫鬟搀扶下，款款走出来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一袭淡蓝色拖地长裙，头戴珠钗，身段丰韵而又婀娜，顾盼生辉，宛若众星邀月，举手投足更满是令人不敢生出丝毫冒犯之意的威严与典雅。唯独圆润明艳的脸蛋几分憔悴，眉目之中更是一片浓浓的担忧凝重。望着那汉子，没说话，只满面急切。却见矮壮汉子。 顿时赶紧恭敬弯下腰，禀殿下，此事千真万确。卑职刚一听说的时候，也百般不信，还是打探了多次，才最终确定。低垂着头，战战兢兢。据说那庆国女皇帝此次十三万大军，气势磅礴，围困丹城，却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丹城之地，而是想要借此转移咱大康朝廷的注意力，并且逼迫齐州郡公为营救太子，带着那几千架飞天大球前来丹城之地。如此一来。 居雨关前线的庆军便再无顾虑与忌惮，吞了吞口水，继续说道：“而齐州郡公却是将计就计，这才用陛下赏赐的令牌调动了金鸡大营、灵州驻营的两千守军，大张旗鼓、浩浩荡荡，拉着两千架飞天大球和铜油来了这丹城之地。可是没有人知道，就连陛下都被瞒在鼓里。齐州郡公还调拨了灵州城防司两千官兵，分成好几拨，扮作运送货品的商贾或者运送粮草的义兵。” 早已拉着其余一千多架飞天大球去了居玉关，只说着说着，情绪几分激动起来。而果然，就在郡公爷被被活捉的第二天下午，庆国女帝便下令居玉关的十五万精锐迅速合兵汇集，对咱大康守军发动了全线猛攻。而就在战况最为激烈，眼见居玉关即将失守，庆国军阵的上空却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飞天大球。而这一次，并不是如岐山关大捷那般从天上泼桐油再一把大火。 而是，据说上面搭载的乃是郡公爷最新研究出来，并让商行作坊以及林州降造司没日没夜赶制的几万颗新武器，好像叫什么小小小小炮仗，卑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听说那玩意看着不大，可只需要一拉开上面一个扣环，直接从半空往下一扔，立马就砰的一声巨响，威力巨大，不仅地上立马被轰出一个大坑，甚至直接掀翻旁边的敌军。顾不得擦拭一下满头大汗，声音有些发抖。 那些庆军本就密密麻麻结阵猛攻，想要调转阵型分散撤退都根本来不及。听说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经死伤五六万，慌作一团，溃不成军。而紧跟着咱大康的守军便倾巢而出，乘胜追击，士气高涨，一路破军斩将，发动了反攻。听说那一仗庆军死伤近半，一声激动大呼：“所以殿下居羽关大捷，咱大康胜了呀！”如今估计捷报都已经传回京城了，陛下也已经知道了。 而就在昨日，因为居宇关前线的溃败，那女皇帝不得不下令从丹城之地抽调了六万大军驰援。与此同时，剩下的几万庆军再不能对丹城形成合围之势，也不得不退回了虎牢关坚守。所以，丹城之围解除了。刹那间，那二十多名随行侍卫彻底愣住了，面面相觑，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硬是呆若木鸡，震惊的无以复加。 如何料想得到，从京城出发之时，前线战事告急，尚且还人人自危，甚至就连京城百姓都开始有了纷纷南下躲避战乱的迹象。转眼间，竟已风云突变。这可是上百年来大康与北方强大庆国大大小小几十场战争从未有过的大劫呀、啊！一时间，欢呼声、喝彩声、啧啧称奇的议论声响彻山林。一场空前的大劫似乎瞬间洗净了所有的疲惫。那端庄威严的女子。 又何尝不是瞬间激动的娇躯微颤，嘴唇微微蠕动着，笑靥如花之下，两行晶莹的泪珠再忍不住滚落而出。扭头望向身边俊俏丫鬟，声音哽咽：“翠莲，你听见了吗？大康胜了，你看见了吗？那个男人又为大康立下了万世卓绝之功，福社稷之将倾，国之柱石也。”然而说着说着，却又神色一暗，目光灼灼望着那矮壮汉子：“他呢？他在哪儿？” 却奈何那汉子只是神情一滞，几分茫然。瞬间，女子娇躯猛地一晃，双手死死攥着裙摆，声音已发抖的厉害：“快说，有没有他的消息？”粗壮汉子脑袋顿时垂得更低了，额头汗珠不停滚落。半晌，也只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回答：“禀禀殿下，卑职没打探到郡公爷的消息，却又赶紧加了一句：不过听说那庆国女皇帝昨天中午銮驾便已从大梁府启程回京城梁都了。” 女子又是神色一变，扭过头，悠悠眺望着北方，美目之中有泪光在不停闪烁。良久，才咬了咬牙：“启程吧，庆国京师梁都。此次大捷，举国同庆，可唯独他生死未卜。一个为社稷生死立下泼天大功的人，不该受这样的委屈。另外，来人，去丹城，将这一消息告知太子，他知道该怎么做。”转眼已是六月二十，庆国的盛夏。 似乎并不比林州府要凉快多少。宽敞笔直的官道上，一支浩浩荡荡而又气势磅礴的行军队伍正缓缓向前行进，一路向北。一架架步辇御辇开道，紧随其后，自是整整齐齐的皇帝亲军，目测上万人之多，身穿盔甲，手持长矛，一眼望不到头，威风凛凛，气势如虹，更增添了几分肃杀威严之气。当然，夹杂其中还有此次随天子移驾大梁府前线的诸多宫娥太监。 以及庆国诸多文臣武将，六马并驱，冠石刘鼎刻金龙，庞大而又恢宏的天子銮驾护卫在队伍最中央。此时，接近队伍最后方的一辆马车中，王修撩开相连窗户，探出脑袋，百无聊赖，讪讪望着前方远处那日光下格外惹眼的天子銮驾，心中腹诽不已。虽没见过那景龙皇帝的銮驾，可瞧瞧这，不愧是虎狼庆国，如今天下已知的第一大国，而因此，那女暴君更堪称是这个时代的一代霸主。 哪怕前线吃了败仗，摆驾回京都是这么大阵仗。当皇帝就是不一样啊！随行那么多太监、宫女、官员也就罢了，连护卫安全的清军都是上万。只是不知那女暴君屁股得有多大，出行才需要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作为驾乘。还有，都这么多天了，硬是连那女暴君面长啥样都没见过。估计真被老子骂中了，头大如牛，还水桶腰、大象腿、朝天鼻，外加满脸雀斑，压根就不敢见人。毕竟堂堂一国天子，长成这样。 他应该也挺自卑的吧？哦，可能还有斗鸡眼，唯独头疼的这一路行来，每次从车厢一探出脑袋，想要看看外面的光景，外面那群围得严严实实的庆国禁军便是一副苦大仇深的眼神瞪着他，凶神恶煞的，还怪吓人。反正他是丝毫不怀疑，若不是因为没有女暴君的旨意，这群人恐怕早就将他剁成肉酱了。对此倒也无所谓，就他干的这点破烂事，这群狗犊子能给他好脸色？ 那才是见鬼了！放下香莲，扭过头，便见唐娇这小妞倒是安静坐在斜对面，那双火辣大长腿实在有点惹眼。怀里紧紧抱着她那柄长剑，俏脸写满紧张之色，神经紧绷,绷着。接连的一番折腾，这妹儿看着都瘦了些许，倒让他心中唏嘘。本还想调侃打趣她两句，找点乐子，最终还是活生生咽了回去，没说出口。实在闲得无聊，在家有些困顿，也只得靠在座位上迷迷糊糊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却听得外面变得热闹起来，吆喝声、嘈杂声此起彼伏，将他惊醒过来。几分好奇，再次掀开帘子望去，却顿时愣住了。只见此时已是傍晚时分，算算行程，应该是总算到达了庆国京师良都。护送天子銮驾的大军依然在缓缓前行，可外面却已是一片全新光景。也不知这里是不是良都最繁华的地段，宽敞的街道两侧商肆酒楼林立，人头攒动中，一辆辆华丽马车来来往往。 或许因为有许多女子入朝为官，就连皇帝都是娘们。庆国的民风似乎更比大康开化不少，大街上随处可见一个个打扮的花花绿绿的女子或妇人。大康的京城，他王老爷没去过，可眼前这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别说南楚燕城，哪怕林州最繁华的福寿大街，与这里比起来也明显弱了不少，让他王老爷啧舌不已。瞧瞧嘛，果然不愧是强大庆国。 不仅有着比大康更幅员辽阔的富饶疆域，丰富的铜铁矿藏，兴盛的人口，商贾活动更是如此繁荣。这般强盛的国力，若不动点心思，大康哪可能打得过吗？队伍继续前行，可出乎意料，在一个宽阔路口，女帝銮驾继续向前驶去，可她与唐娇所乘坐的这辆马车，却是在一小队庆国禁军护送下朝另一个方向驶去。仅仅一炷香功夫，便停了下来。而当王修与唐娇跳下马车，却见这里。 是一条虽宽敞却极为幽静的巷子，绿树成荫，居然还有点诗情画意的感觉。眼前是一座看着极为别致的宅子，朱红色的大门，古色古香。女暴君身边那什么主事总管太监高远也已经在外面候着，倒是一拱手：“圣上吩咐了，在凉都这段时间，便委屈王俊公与唐姑娘暂时住在这里了。里面一应,应物事应有尽有，也自有丫鬟伺候二位的饮食起居，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便是。而且，除非圣上召见。” 闲暇之时，王俊公可自由出入，出去逛逛街、买买东西都是可以的。不仅如此，也会有侍卫会随行护卫二位的安全。这死太监自从庆国居玉关一战大败，这几天以来，在他王老爷面前就再没笑过。王老爷还是觉得当初在翠屏山下，他那副笑眯眯的样子更好看一些。只没料到，紧跟着这死太监又一声苦笑长叹：“其实俊公也有所不知，这宅子本就是我庆国皇室的产业。” 因为景致不错又安静，就连圣上去年还来这里小住了两天。咱家也不知道圣上为何会做出如此安排，可主子的心思又岂是咱这些奴婢胆敢揣摩的？王修顿时惊诧万分，那女暴君有点不对劲啊！她到底想做啥？按理说都已经把老子这个害得庆国前线溃败的罪魁祸首弄到京城来了，就算要慢慢折磨，不也应该找个大牢关起来，吃糠咽菜喂蚊虫吗？却给安排这么一座别致幽静的宅子住着，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想养外宅？道士说的比唱的好听，会有侍卫护卫安全，不就是寸步不离盯着，免得老子逃了吗？而且估计暗中还安排了不少人盯着老子的一举一动。可既来之则安之，自然也只能领着唐教安顿下来。那总管太监高远说的还真没错，这宅子虽不大，却是曲径通幽，亭台楼阁样样不缺，而且无论布局或是房舍建造都极为考究，不算奢华气派，却贵在雅致静谧。 不得不说，那女暴君到底长啥样不清楚，但品味还是有的。至于女暴君安排那两个所谓的随行侍卫，是在高远离开后才到岗的，一个叫武三，一个叫武四，亲兄弟二人，据说本是女皇帝身边的暗卫进士，长得那叫一个虎背熊腰、牛高马大，简直活脱脱两头大狗熊，看着孔武有力，比起程虎那两球货丝毫不让。一左一右处在宅子大门口，不知为何，就是看着好像脑子有点不大好使。 面无表情，也不苟言笑。王修跑上前去套近乎：“二位武兄，贵姓啊？”两人不搭理他。王修又说：“二位既然是皇帝身边的进士，能不能给在下说说那女皇帝到底长啥样，脾气如何啊？”两人依然闷着。王修不甘心：“二位娶媳妇了吗？儿子都多大了呀？”一拍大腿：“相识就是缘分，要不这样，这梁都的花楼酒肆，哪一家的姑娘最漂亮最润？今晚小弟做东，请二位好好潇洒潇洒。” 放心，相信你们也听过本君公的名号，向来豪爽，钱也是不缺的，必定给二位兄台安排全凉都最美的姑娘上最花的节目。对了，你们给女皇帝办差，一个月拿多少薪俸啊？瞧二位的身手，能晋升护卫皇帝安全，肯定很厉害吧？要不以后跟本君公混算了，一个月二百两银子，包吃包住，年底还发米面油，怎么样？两人总算有反应了。武三吞了吞口水，我们我们都还没娶媳妇呢。 五四红着脸，陛下交代了，王俊公跟咱说，什么都不要相信，他就是在忽悠，而且稍不注意就会中了圈套被策反。还有，你是被活捉来凉都的，身上根本没几个银子。于是王修脸一下子就绿了，瞪着两个货，瞬间没心情说话了。晚膳是宅子的丫鬟送到房里来了，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胜在精致，而且味道还不错。尽管依然捉摸不透那女暴君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可一路舟车劳顿，也实在饿了。 直到一壶酒喝了个底朝天，几道小菜也吃了个七零八落，王修才感觉舒坦了。本打算洗洗就睡，可迟疑良久，却还是起身，径直便朝隔壁唐娇的房间走去。倒不是他王老爷保暖思那啥，而实在是，说实话，虽然直到现在依然没想明白，跟那个小妞之间明明主打就是一个横竖不对眼，苦大仇深。每次看他明明恨不得咬死老子，却偏偏拿老子没办法，气得暴跳如雷的样子，简直人生一大乐趣。 可好端端的，他怎就变成了这态度？但说到底，这傻妞也终究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落到如今的险境。而且这些天来，虽嘴上不说，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从来都是神经紧绷着，忧心忡忡，从未睡过一个踏实觉。几天时间，瞅着都清瘦了些许。要说心中没有些感触感动，那实在是他王老爷太冷血。尽管眼下两人身在庆国京城，连能不能活着回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可于情于理，他也该去看看。 哪怕说说话，安慰两句。而当他敲了敲门，再推门进去，却见这小妞倒是早已结束晚膳，正端坐在厢房中间那张桌子前。不仅如此，应该刚刚还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了一套淡紫色烟纱长裙，乌黑长发微微有些湿润，随意披洒在脑后，少了些英气逼人的彪悍，多了些温婉楚楚动人的味道。特别昏暗油灯下，那纤细柔软的小蛮腰，胸前那硕大饱满的山峰，以及领口若隐若现一抹白里透红肌肤，说不出的诱人。 单手托腮，发着呆，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与这一路上在马车中如出一辙，俏脸满是紧张凝重之色。眼见他进来，娇躯一颤，顿时回过神来。可紧跟着，脑袋瓜子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居然还一阵莫名的紧张，脸蛋更唰的一下涨得通红，小手都拘束的不知该往哪儿放，顿时搞得他有点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尽管如此，也只是径直在他对面坐下，几分恨铁不成钢。 没好气瞪着他，我说：“小娇娇，有时候真不知道你这脑袋到底怎么长的。从林州出发就不说了，在翠屏山下，那女暴君明明针对的只是老子，结果你倒好啊，拽都拽不住啊，非得跟着。这下好了，活生生把自己也给搭进来，能不能活着离开这凉都都不知道。满意了，心情舒坦了，可没想到这小妞只是一瞪眼，咬了咬牙，我乐意，你管不着。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都憋了一路，就想劈头盖脸骂我一顿，你要骂就骂，我听着便是。随即又跟以前如出一辙，不说话了，只一副羞答答的模样，悠悠望着他，反倒搞得他王老爷顿时一阵吃瘪。本还想再数落他两句，硬是只能活生生憋回去。尽管如此，王老爷还是迅速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呵，唐姑娘，其实我现在过来，也只是想跟你聊聊咱俩之间的关系，一脸苦口婆心。首先，你看哈。 虽说本老爷现在一番摸爬滚打，也算混了个郡公的爵位，混了个林州判司的官职，可跟你爹比起来，才不到五十岁就已经是六部之首礼部的尚书了，当朝大员，再奋斗一二十年，升任宰辅也不是不可能。而且身上还有世袭的伯爵爵位，我终究还是位卑身轻，没啥前途的。皇帝让我年后京城上任，又不想去。可你不一样，武功又高强，长得又乖，还有大好的人生，瞧瞧。 老子这逻辑多严密，思路多清晰，可没想到这妹儿根本毫无反应，依然单手托腮，一副羞答答眼神望着他。王老爷顿时有点尴尬了，只得咬了咬牙，继续道：“不仅如此，我这人有时候还行为乖张，道德还有那么一点点败坏。难道你都忘了当初你哥是怎么被本老爷忽悠的像个疯子一样，天天披头散发坐在院子里发呆的？还有，你当初气势汹汹来兴师问罪，本老爷是怎么谎话连篇，然后把你骗得团团转？” 脸面都丢光的。哦、oh,，对了，你跑来府衙当衙役，我还故意利用职权欺负你，让你天天满城跑腿买这买那的，还故意调戏你。我不知道你是啥脾气的，反正要是有人这样欺负我，我是忍不了的。还好这妹儿总算有反应了，可出乎意料，也不恼羞成怒，只是因若蚊虫憋出一句：“我没忘啊。”随即还顺手端起桌子上那陶瓷茶壶，倒了一杯水，轻轻放在他面前：“你先喝口水再说吧。”于是乎。 王老爷心中一阵莫名的挫败感，绿着脸望着他，良久，又是一咬牙。这还不算什么，记不记得当时你哥大难不死醒来，本老爷说给他建研究院，让他利用那茶壶烧水的原理研究新的机器，研究不用马拉的马车，不用划桨就能自己水上跑的船。研究成功了，就让他把所有图纸与技术数据全交给我，我来建作坊生产售卖，只答应给他一成分红。你哥那脑子有时候不大好使，可你这么聪明的姑娘。 难道就看不出来？我根本就是在忽悠他，想利用他研究的技术大把的捞钱。你们兄妹情深，这你也能忍？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有些崩溃了。只见这小妞依然脸蛋红彤彤，一副害羞小媳妇模样。我看出来了呀。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与兄长说的那新机器什么不用马拉的马车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就是在忽悠他。但是既然我说过要嫁给你，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他得一成两成的分红，不重要啊。 王秀顿时嘴巴张得老大，眼珠子滚圆。你管这个叫兄妹情深？没想到紧跟着这小妞倒总算坐直了身子，红着脸又小声沉吟道：“还有，我发现其实你不仅生气骂人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本正经跟我说话的样子，也真的挺迷人。语气平淡，不急不缓。而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就是以为我突然说要嫁给你，只是因为你救了我哥一命，我心中感激才这样的吗？其实我不否认有这方面原因。” 可你不知道，自从那次你救了我哥，我突然发现，你好像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虽然你老忽悠我哥，但是他病入膏肓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的担心着急。虽然你还老是故意欺负我，却又从来没真正做出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举动来。微微垂着头，我才发现，其实我挺喜欢和你待在一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想对你好。然而说着说着，耳根一片绯红，眼里都快滴出水来。还有，虽然这一路上你从来都是中规中矩。 马车里坐的离我远远的，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是偷偷往我身上瞄，有时候眼睛都直了。声音顿时更微弱的快，让人听不清。另外，这次这次若能活着回大康，你就去找我爹提亲吧。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眼珠子滚圆瞪着他，老脸瞬间青一阵红一阵。靠，这特么就有点尴尬了。本还想再说两句什么，可最终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不知为何，看着他那憔悴消瘦了些许的脸蛋，心中隐隐有些酸楚。第二天，王修倒是睡了个日上三竿。然而，刚简单梳洗一番，走出房间，便见这宅子的丫鬟来报，说是那主管太监高远已经在门外候着，让他心中几分疑惑。可当他大步走出宅子，却更不由得一愣。只见此时，那死太监高远依然身着一套宫中官袍，正俏生生站在门外。不仅如此，身后还停着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 旁边笔挺站着一对身穿盔甲的宫中侍卫，眼见他出来，倒是大步迎了上来。这家伙的笑容似乎永远就此消失了一样，木讷着脸，倒是微微一欠身：“王俊公，圣上差咱家前来，专程接俊公爷进宫面圣。”伸手一指那辆马车：“俊公爷，请吧。”王修顿时心中一个机灵，面色有些凝重，略微沉思，却也只得二话不说，便钻进马车里。于是很快。 马车在那一对宫中侍卫的护送下，便缓缓朝前方驶去。庆国的皇宫位于梁都正中央，倒是一种中轴线对称的设计。虽也从未见过大康的皇宫长啥样，可坐在马车里撩开帘子，隔着老远望去，高高耸立的宫墙后，倒是好一片巍峨宏伟景象。或许因为所住的宅子离这皇宫并不远，不到片刻功夫，马车便驶入了一道宫门内。只为独没料到，进入皇宫之后，又是一条长长的甬道。 两侧皆是高高的院墙，更令人感觉说不出的森严。足足半刻钟，马车才终于在一座单独的宫殿外停下。紧跟着，外面便响起高远的声音：“王俊公到了。”宫殿算不得多宏伟磅礴，然而上好的白玉台阶，以及两侧一座座威武石狮，还有四周一根根朱红色雕栩栩如生金龙的巨大柱子，庄重之感油然而生。可从那块黑色巨大牌匾上“龙飞凤舞清泉剑”三个字，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只是女皇帝闲暇之余短暂休息或看书消遣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四周依然满是手持长矛、威风凛凛的禁军侍卫，拱卫的水泄不通。太监高远自然在前面带路，进入殿内，再穿过几重守卫森严的拱门，终于到达最里面一座内殿。只见里面好一片金碧辉煌的景象，云顶檀木作梁，地铺白玉，内嵌金珠，头顶悬一颗鹅,鹅蛋大小的明月珠，熠熠生光，如同皎月。 可与当初在大梁府女皇帝的中军大帐所见截然不同，正前方中央并没有这一块巨大的绿色屏风，而仅仅是隔着一道如烟纱般的垂帘，帘纱后方若隐若现一道人影，似乎正端坐在一张巨大低矮台案前，虽依然看不清面容长相，却隐约可见身影曼妙婀娜，头戴珠钗。毫无疑问，正是这虎狼庆国手握无数人生杀大权的当今女帝李青梅，倒让王修心中一阵腹诽，看着那身影窈窕。 倒不像老子所猜测的那般水桶腰、大象腿，身材还可以。那脸的丑成什么样，才这般躲躲藏藏，不敢见人？除此之外，殿内一侧还毕恭毕敬侍立着几个宫女。高远迅速走上跟前，躬身行礼，小心翼翼压低声音：“陛下，康国齐州郡公王修带到了。”随即便听得那帘纱后传来女皇帝的声音：“知道了，都退下吧。”与上次如出一辙，不急不缓，语气平淡，却总带着一股令人不敢抗拒的威严气势。 这高远顿时神色一凛，说不出的紧张。然而眼见连杀后不着声，哪敢再丝毫迟疑，也只得战战兢兢领着那几个宫娥退了出去。殿内顿时似乎便只剩下两人。王修顿时更一阵诧异，没看出来这女皇帝胆子还真不小啊，身边一个手下都不留。然而正当他脑子正飞速盘算，却听得连杀后又一道淡然的声音：“怎么？”王俊公眼珠子转得这么快。 是在琢磨着要不要趁眼下无人，一不做二不休，把朕给挟持了，搏一个活着离开凉都的机会。甚至就算与朕同归于尽，也是不亏的。不得不承认，这倒是个好办法，你大可以试一试。嘶<斯>！顷刻间，王老爷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绿。靠！当初那个莫名其妙来灵州，美其名曰奉侄孙女的命令，前来看看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死老头到底都在老子身上查探了些什么？搞得这女暴君。 对老子了解得如此透彻，一撅屁股要拉什么屎，他都算得清清楚楚的。瞧嘛，就这个样子，翠屏山下老子怎么能不着了他的道吗？尽管如此，也只得样样拉过一张椅子坐下，索性找了个舒坦的姿势，靠着几分机窍望着前方。尽管依然捉摸不透这女皇帝到底要玩什么花样，可也算看出来了，这女人道行不是一般的深。何况能坐稳一国帝王的宝座的，有谁会是简单之人？可没想到。 短暂沉默，女皇帝又淡然沉吟道：“王俊公不必紧张。从灵州府到丹城之地，再到朕的中军大帐，再从大梁府到凉都，一路舟车劳顿也算辛苦了。昨晚休息可好？”王修闭上嘴不说话，却奈何女皇帝依然不急不躁，语气平缓，只如相交甚久的知己随意聊着天。据说王俊公早已有了三位夫人，不但个个美若天仙，其中三夫人朱妙宇更是南楚新一任国王，倒也算羡煞天下人。这也就罢了。 那日在大帐中，见那位康国礼部尚书之女对王俊公也是关心维护的很，倒是没看出来王俊公居然也是个风流种子，似乎些许打趣调侃。不过也难怪，不但写得一首绝妙好诗，客物连帐更样样精通，自是难免招女孩子喜欢了些。王修面色几分凝重，嘴角一丝冷笑。皇帝日理万机，如此兴师动众将本郡公请来，不会只为了聊聊家常吧？还好，只听得女皇帝总算话锋一转：“行了，不与王俊公说笑了。” 语气依然淡然，不带丝毫波澜。其实此时请你过来，也只是想亲口告诉你一声。至于最终如何处置王俊公，朕已经有了决断。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刚刚早朝上，我庆国文武大臣也争执颇大。有大臣说，王俊公不仅那细言提炼之术令我庆国损失惨重，更在康国极力主张对我藩属国草原夏国出奇兵。如今居与关一战，更是令我庆国损兵折将溃败，此乃国之深仇。 自当将王俊公处以凌迟之刑，以告慰居玉关一战中我庆国死伤的将士，以震慑康国朝廷。顿了顿，又轻描淡写沉吟道：“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朝臣提出应极力拉拢才是。不可否认，朕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之所以将你从大梁府带到京城来，也正是因为如此。毕竟，王俊公不仅学富五车，而且雄才伟略，颇有经世济国之才。而我庆国又是天下大国，自当拿出海纳百川的气度来。” 不计前嫌，极力拉拢王俊公。若愿意为庆国朝廷效力，朕自然可许以高官俸禄以及爵位，日后也必能助朕成就一番未有之霸业。王修没说话，只是脸色说不出的玩味讥诮。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脑袋都炸了。只听得连杀后，女皇帝又云淡风轻沉吟道：“可早朝后，朕思虑良久，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据朕所知，王俊公虽有时行为无端了些，奸诈滑头，心眼多了些。” 可终究也算个重情重义的人，不仅与康国太子亲如兄弟，对三位夫人更是恩爱有加。而且据说其中两位夫人还已经有了身孕。王俊公纵然是舍弃性命不要，也断然不会做出背叛兄弟、抛弃蛇子的事来。毕竟王俊公若是就此留在庆国为官，毋庸置疑，你的夫人、包括肚子里的孩子，甚至府上丫鬟下人，在康国肯定是活不了的。声音淡漠的不带丝毫感情。当然，这些自然不是朕该考虑的问题。 即便王俊公宁死不从，朕自然也的是法子，能让你改变主意。轻叹一声，然而庆国乃天下大国，用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逼迫他国竣公归顺，要是传了出去，终究遭天下人耻笑。天下儒生士子也只会戳朕的脊梁骨。更重要的，别忘了，朕虽是庆国皇帝，却更是一个女人。那讨伐檄文，还有那日在中军大帐，王俊公可是将朕劈头盖脸一顿好骂啊！女人哪有不记仇的？ 顿了顿，所以朕已经有了决断，还是将王俊公处以极刑吧。十天之后就是个不错的日子，而且朕虽尚未下诏令，但消息也已经传出去了。到时候也会有诸多我庆国百姓前来观看，能用康国堂堂俊公的人头提振民心士气，震慑康国朝廷，为接下来两国休战谈判铺路，也是极好的。之所以告诉王俊公朕的这个决定，也只是希望你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当然，接下来这十天。 王俊功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凉都有什么没尝过的美味，也都可以去尝尝，总能少些遗憾。于是刹那，王修便彻底呆住了，老脸唰的一下一片惨绿，瞬间只感觉脑瓜子都嗡嗡的响。卧槽，这女暴君是真有点神经病啊！翠屏山下，久走夜路，终于遇到鬼，被算计的明明白白，老子认栽。可特么，就算要砍老子这个生死大敌的脑袋，不直接动手，还非得一路折腾。 还带到梁都来，好吃好喝供着，搞得老子好像还看见了一点黎明的曙光，以为不那么容易掉脑袋了呢。结果现在，谁他妈经得起这样的刺激？这也就罢了，还他妈直接把日期都告诉老子，难道不知道等待死亡比死亡更可怕吗？大爷的，老子算是看出来了，这庆国女皇帝根本就是个心理极度扭曲的变态恶魔。这样玩，让他那颗扭曲变态的心很有成就感吗？这些统统也就罢了。 虽不得不承认，若是庆国君臣企图逼迫老子归顺，或者逼迫老子交出各种技术资料，老子绝对就算豁出这条命也不会从的。倒不是对那景龙狗皇帝多忠诚，可若是这样的话，苏婉晴与郑眼儿两个婆娘，包括娘家一家老小的性命是肯定保不住了。但是除了这个，其他的条件都可以谈吗？比如让老子带你做生意发家致富，比如让老子每年送你几套花露水、面膜膏啊，甚至那啥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次数不能太多，结果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决定砍老子脑袋，是不是太草率了？当下更是被气得心中怒火腾腾的烧，哪里还坐得住？反正横竖是个死，铁青着脸一声破口大骂：“李青梅，你大爷！死八婆，心里变态的神经病啊！行，还是你个臭八婆会玩，咱俩这梁子算是结大了。老子劝你，要杀要剐，早点动手，别让老子找到机会讨回大康。可没想到。” 任凭他暴跳如雷，骂得起劲，连杀后那朦胧身影也不生气，声音依然平淡。王俊公骂够了吗？骂够了就请回吧，朕还有些奏折要看。又一击掌送客。与此同时，只见那连杀两侧身影一闪，便走出来两个身材壮实的侍卫，走到跟前，还朝他做了个请的手势。顿时更将王老爷吓得一个机灵。卧槽，幸亏刚才没一冲动就想着扑上去，一不做二不休将那女暴君挟持了。 否则死得更快，可最终也只得黑着脸，在那两个侍卫的带领下讪讪走了出去。只是此时谁也没有看见的，就在这内殿那道帘纱之中，却是扑哧一声娇笑。可紧跟着那帘纱缓缓掀开，只见里面缓缓走出来一倾国倾城的女子，指着一身宫中长服。可即便如此，火红盘龙的织锦长袍，绣翠金色纹路，领口镌刻五爪金龙，令人不敢直视。秦手峨眉下。 长长睫毛犹如浓墨淡烟，双目盈盈似水，再搭配那白皙如凝脂的肌肤，如樱桃般诱人的弹口，令人神魂颠倒。头戴璀璨珠钗，乌黑如瀑布的发丝激起层层流光，举手投足更是那般贵气逼人，直叫万千粉黛黯然失色。可浑身上下那一代帝王气吞山河的威严之势，强大的气场，竟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只是此时，就这么悠悠望着那个男人气急败坏离开的方向。 那绝美的、令人窒息的脸上，一片如花的笑靥被齿轻启，一声清脆，活该，吓不死你，还是个呆头呆脑的傻子。然而笑着笑着，两行晶莹泪水却是瞬间流淌而出，声音哽咽。如果我说自翠屏山将你请来，除了想看看你，更多的只是想在这场两国战火中保护好你，你信吗？如果我说，哪怕全世界都想置你于死地，我也一定是那个只想要你好好活下去的人，你信吗？ 造化弄人，为何我为庆国天子，你偏偏却是康国重臣，且已娶妻生子？摇了摇头，已是梨花带雨。还有，也别怪我故意吓你。自古帝王多无情，而你又为康国屡建奇功，树大招风，且朝中又根基尚浅，恐早已被人视作眼中钉。我若是不借此看清康国皇帝对你的态度，我怎能放心让你回去？身为庆国皇帝，眼下两国又处于这局面，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神经病！ 疯子婆娘，行，挺会玩，牛批，别让老子逮着机会！王修骂骂咧咧个不停，脸色更是难看的厉害，只感觉脑瓜子炸炸的疼。大爷的，这都什么破烂命哦！完犊子了，浪啊浪！这次是彻底玩大发了。说实话，尽管心中依然诸多疑惑，诸如那女暴君既然决意要砍老子脑袋，以震慑大康朝廷，可为何当初在大梁府中军大帐的时候不砍？ 銮驾回京，这一路上不砍，到了梁都还提供别致的小豪宅住着，还好吃好喝伺候着。还有砍就砍呗，为何还偏偏十天后？难道翻过老子的八字，十天后掉脑袋才不会变厉鬼，而且还有助于庆国提升国运？可关键虚虚实实的，实在搞得老子心里很慌啊！不知为何，却突然想起那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拔剑，还酷爱撸肘子、有点憨的可爱的婆娘，也不知她现在身在何方。 八月十五之约，眼见着只剩不到两个月了，结果有可能老子先中道崩殂了。还有前世那个一想起来就让他恨得直牙痒痒的恶婆娘，也不晓得那婆娘最终活下去没有。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她是不是已经把老子给忘得干干净净了？哎，现在怎么搞？在南楚王城时，虽同样凶险，但好歹老子还有那狗皇帝赏赐的令牌，事先调动了岐山两千驻军，乔装打扮入城接应。在这梁都。 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还人生地不熟，难不成用康国皇帝的令牌去调庆国的兵？铁青着脸走出清泉涧，却见不仅死太监高远，就连那马车都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五三五四那俩傻大个在外面等着。看嘛，接老子来宫中面圣的时候，又是马车，又是禁军随行的，一决定要砍老子脑袋了，就啥也没了，待遇一下子变低了。然而，当他在两个傻大个的带领下， 穿过重重殿阁，再沿着那长长的甬道走出皇宫，却不由得一愣。只见宫门外正停着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而且从造型以及前元司马病区的规格来看，应该规制极高。旁边还正站着一个约莫六七十岁的老头，短小精悍的身材，脸蛋红润圆嘟嘟的，赫然正是当初那个莫名其妙跑来灵州府，美其名曰奉侄孙女之命前来调查调查他王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死老头。 只是此时，却哪还有当初那粗布短衫、如山野村夫的模样？这一身黑黄相间的锦缎长袍，胸前绣黑色蟒纹，少了些为老不尊、老顽童德性，隐约多了些身居高位的威严气质。明显，根本就是在这等着他。眼见他王老爷出来，先是老脸微微一红，似乎还有些心虚尴尬，可紧跟着大步便迎了上来，堆起一脸灿烂笑容：“王修小兄弟，咱们又见面了。当初在南楚王城，果然没猜错。” 那神秘莫测的老头，根本就是庆国女皇帝的叔祖父，大名鼎鼎的齐王李达。本就憋着一肚子窝火，于是刹那，王修更气不打一处来，瞪着这死老头，双目喷火，砂锅大的拳头已饥渴难耐。大爷的！若不是因为这老东西当初跑来调查老子，那女暴君至于把老子研究得如此透彻，拿捏得如此明明白白的，老子至于沦落到眼下这地步？可没想到，对于他这副杀气腾腾、苦大仇深模样，老头也不生气。 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脑袋一扬：“咦，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本王知道，你现在肯定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了。”眉头一皱，苦笑：“可天地良心，你这次被陛下摆一道，可根本不关本王的事啊！当初前往林州府，本王也只是初步了解了一些你的过往经历而已，比如写过些什么诗，又是如何才学比试大败南楚世子，又是如何将那唐家小妞骗得团团转之类。” 眼见他依然一副要吃人的表情，索性脸一横：“好吧，就算跟本王有那么点关系，可怎么办嘛？你打又打不过老夫，而且这里还是我的地盘。”嘶，请客！王修更气得牙根痒痒，脸都不要了是吧？狡辩都懒得狡辩了是吧？却奈何这老头反倒还来劲了，又堆起一脸笑：“行了，行了，今日陛下从大梁回京第一次朝会，本王也在场，大臣们各执己见，吵得很凶。陛下虽当时没表态。” 可谁知，不到片刻功夫，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说陛下最终还是决定用你的人头来震慑康国朝廷。在他身上使劲打量，其实吧，老夫也是极力主张直接砍了你这小儿的脑袋，出一口恶气的。毕竟我庆国此番前线惨败，那么多将士血溅疆场，皆因你这小子太卑鄙。可仔细想想，各位旗主罢了，就算弄死你，也已经挽回不了前线战局。而且两国战事已经这样了，肯定是打不下去了。 接下来就看两国谈不谈得拢了。虽说我庆军居宇关大败，可以你康国的实力，要想反扑攻入庆国腹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当初在林州，的确看你小子很对胃口，特别是你那副无耻的样子，很有老夫年轻时的风范。一耸肩，所以吧，得知陛下召见了你，才专程在这里等着。那叫一个热情洋溢，笑得眼睛都快眯成两道缝。行了，别在这里出着了，走，走，本王府上喝酒去。反正你还有十天才掉脑袋。 闲着也是闲着，况且当初在林州，因为老夫身份，怕给你带来麻烦，连酒都没跟你喝上一顿，实在一大憾事。瞬间，王修是直接气笑了。哟呵，这死老头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啊。就老子现在这个身份，哪怕现在身在梁都，那些庆国大臣为了避嫌，恐怕也是像躲瘟神一样躲着老子吧？结果他倒好，居然还敢把老子请到府上去喝酒，纵然是当朝王爷。 可难道就不怕引起那女暴君的猜忌，甚至引来祸端？还有什么叫反正还有十天才掉脑袋，闲着也是闲着？况且老子现在心里慌慌的，哪有心情跑去喝酒？却奈何任凭他如何拒绝，死老头根本不给他机会，力气又大，硬是三两下便将他给推上了身后那辆马车。实在执拗不过，王修也只得作罢。更令人头疼的，一路上这老头还真一副有朋自远方来的德行。 叽叽喳喳念叨个不停，烦死个人。诸如，行了，也别苦着张脸了，不就是掉个脑袋吗？人活在世上就要看开一些，瞧瞧本王活得多洒脱。诸如，看吧，当初在林州的时候，本王就劝过你，那区区林州判司不做也罢，跟着老夫混，包你吃香喝辣。结果你非不听，现在满意了吧？老夫继续吃香喝辣，而你等着掉脑袋。更把他王老爷给气得直吹胡子瞪眼，压根不想搭理他。 这老东西纯粹站着说话不腰疼，老子没被捉来庆国的时候，活得比你洒脱。还好不到半个时辰，终于到达。跳下马车，却只见眼前好一座豪华气派的府邸，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墙大院，守卫极其森严。朱红色的厚重大门上方，巨大牌匾上“齐王府”三个鎏金大字格外刺眼。齐王李达自然勾着他肩膀，便张罗着往府里去。只没想到，刚一踏进院门。 那些正来回忙碌着的丫鬟下人，顿时赶紧迎过来，毕恭毕敬施礼，显得有些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此，王修倒也理解，毕竟这老头，别看在他面前一副吊儿郎当、为老不尊德行，可据他所知，不仅身为庆国王爷，在朝中更官拜尚书令一职，统管户部、工部，在庆国绝对算得上位高权重。堂堂王府果然极尽奢华，不仅亭台楼阁、山池水榭交相呼应，而且无论一砖一瓦还是一凉一—一梁一木。 所用皆极为考究，不仅如此，规模占地更是巨大。粗略估计，起码得他在林州那宅子五六倍大小。也难怪李乐瑶那小妞会沦落到连个能说点知心话的朋友都没有。就这家境与权势，谁见了堂堂郡主不得赶紧阿谀奉承？不一会儿功夫，王府专门用以招待贵客的饭厅中便摆上了满满一桌子菜食。果然，不愧是庆国的王爷府，真是极尽奢华，无一不是最昂贵的山珍海味。 关键味道还真不错。酒是庆国最著名的美人醉，虽比不得他王老爷自酿那闷倒牛，倒是比寻常市面所见那些淡的跟马尿一样的酒水烈了不少。唯独意外，并没见到李乐瑶那根屁虫。李达依然热情不减，一个劲张罗，大口吃菜，大口喝酒，还真让人招架不住。只没料到这老头看着精神抖擞，而且还一身武艺高强，可酒量却似乎差强人意。一坛子酒才下去了大半，看着就有些晕乎乎的。 脸色更红的厉害，连说话都有点哆嗦。一筷子菜塞进嘴里，却是一声叹息，好像还几分感怀。哎，小兄弟啊，说个实话，虽然就咱两国的战事，老夫身为庆国重臣，又是皇室王爷，自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可自今日听说圣上最终还是做出这样的决断，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毕竟咱俩相识一场，而且老夫活了大半辈子，唯独就看着你小子最为顺眼。 不但长得一表人才，又才华横溢，又心地纯正，关键吧，还极其对老子的胃口。又一杯酒下肚，可奈何你偏偏为康国人。而圣上别瞧着一女儿身，可行事向来极其果断。私事如此，朝政大事更是如此。就比如现在都已经二十二了，按理说早应该大婚圣王，诞下子嗣，国家有了储君，朝政才能更加稳固。然而，包括本王在内，一众重臣谏言，却反倒横遭驳斥。 现在也无人再敢谏言此事，所以眼下对于小兄弟你，圣上既然已经有了决断，老夫也不敢再去劝谏啊。倒是，一拍胸脯，似乎酒劲上来说话都有些含糊。不过放心，看在对你小子极其投缘的份上，砍头那天，本王定亲自准备点好酒好菜前来送行，让你吃饱喝足再走。王修瞬间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瞪着这才这么点酒就已经醉醺醺的老头，老脸漆黑。好不容易借着喝酒吃肉，不想这事了。 又提起来了是吧？就不能说点好听的？然而这老头又叹息道：“其实吧，老夫要救你一命，让你完好无损离开庆国，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没想到，不等他开口，又摇了摇头，醉一下，声音含糊不清：“哎，算了，不靠谱，不靠谱。”话没说完，竟是砰的一声，脑袋就磕在桌子上，睡着了，呼噜声都响起来了，把他王老爷看的眼睛都直了，这老头有毛病啊！ 把老子聊得像坐过山车一样，结果话说一半倒头就睡。不过转念一想，连他自己都说那女暴君暴得很，他能有个鸡毛办法？况且老子一大康竣工，就算再怕死，为了活命也还不至于堕落到去跟一个敌国王爷达成某种皮炎交易啊！喝喝酒，老朋友般叙叙旧还可以，要真有所勾连，传了出去，就算活着回了大康，能有好日子过？本想从他口中再套出点关于女暴君的信息的。 结果眼见他这副醉得呼呼大睡的样子，也只得作罢。既然连主人都醉倒了，他这个做客的自然也没啥心情，继续坐在这自斟自饮，只得站起身来，大步朝外面走去。自是有门口候着的小厮将他往府外带路。然而才刚穿过两处殿落，却见前方急匆匆小碎步跑来一年轻丫鬟，冲到跟前，居然还盈盈一失礼：“请问阁下便是康国齐州郡公吧？” 郡主让奴婢前来邀请郡公爷后院书房一叙。瞬间，王修一阵惊诧。丫鬟口中的郡主，自然就是李乐瑶那小妞。毕竟据他所知，这庆国齐王李达当年正房嫡生就一个儿子，结果儿子儿媳大婚，刚生下这么个孙女，又都双双落水，英年早逝，也就导致李达这一脉嫡系传下来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女儿。而这王府上能称为郡主的，自然也就这一人。丫鬟支支吾吾又道：“郡主还说了。” 若您不去，他就他就放齐州郡公咬您。咦？王修顿时惊得眼珠子滚圆。咋的？那条狗这么快又改称号了？可关键跟那小妞也不熟啊，叫老子去做什么？而且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明明脾气挺刁蛮暴躁一小郡主，在南楚王城被老子一顿骚操作蛇形走位，嗯，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小屁股之后，转眼咋就变成了一个粘人的跟屁虫？略微沉思，却还是点了点头。 那丫鬟自然在前面带路，足足盏茶功夫，才终于到达靠近王府后侧的一座独立小院。院子不大，却很雅致。那栋小二楼更造型独特。一直到了二楼一间厢房前，丫鬟才停下，做了个请的手势。可当王修轻轻推门进去，却是一下子愣住了。只见眼前哪是什么书房，根本就是那小妞的闺房。正中央一张梨花木大床，淡粉色罗帐轻纱，布置的极为温馨。 李乐瑶倒是一反在燕城时那劲装短衫的装束，这一身淡黄色拖地长裙，樱桃般诱人的小嘴，圆溜溜的乌黑大眼睛，搭配那粉嘟嘟略带婴儿肥的脸蛋，还有前挺后翘颇为傲人的身材，却依然说不出的娇憨可爱。不仅如此，居然还刻意化了一点淡妆。正安静坐在床沿，不知为何，似乎总显得有些紧张拘束，患得患失，连一双小手似乎都不知该往哪儿放。眼见他进来，顿时神色一喜，近乎本能便起身迎上来。 你来了，可紧跟着似乎突然想起些什么，神色一阵慌张，可怜兮兮，如同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般，目光闪烁，压根不敢与他对视，反倒搞得王老爷一愣一愣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即便如此，却是着实就要赶紧退出来。虽然对这个刁蛮任性还粘人的敌国郡主没多少好感，可终究这里是人家待字闺中的闺房，毕竟关乎人家一小姑娘名节，自己一大老爷们待在里面，算怎么回事？ 没想到，不等有所动作，却见粉嘟嘟脸反倒一下子急了，有些手足无措。等一等，搞得王老爷更加错愕不解。可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震惊当场。只见这小妞更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低垂着头，不敢跟他对视。随即，脸蛋唰的一下涨得通红，似乎鼓足着莫大的勇气，小手微微颤抖，竟是一咬牙，将那长裙腰间束带轻轻一扯。 长裙变得微微宽松一些，领口甚至都隐约露出一抹白里透红的肌肤。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啊，直将他王老爷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与此同时，便只听得房门外一阵急促脚步声：“郡主，郡主，发生什么事了？”不等他有所反应，房门外火急火燎冲进来两个丫鬟，其中一个还正是刚才给他带路那妹子。眨眼便已冲到跟前，连看都没看一眼房内的情况，那妹子竟是张嘴就来。 一声惊呼：“啊，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同样，这时门外过道中更响起了一阵破锣嗓子大喊：“丫头，丫头，出什么事了？”紧随其后，便见死老头李达甩着屁股，大摇大摆便冲了进来，张大着嘴巴，眼珠子滚圆：“咦，小子，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明明刚才在饭桌上醉得一塌糊涂，趴在桌子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此刻竟是生龙活虎，哪有半点醉酒的样子？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懵了，嘴巴成 O 字形，眼睛都直了。卧槽，这特么神妖路子！而紧跟着，只见那死老头哪还有刚才与他推杯置盏那副为老不尊的热情样，脸色一横，竟是一副如同被他王老爷往神龛上撒了一泡尿的德行，气急败坏的厉害，那叫一个悲愤交加，胡子都快一根根翘起，扯开破锣嗓子：“完了，王修小,小儿，你完了！” 捶胸顿足，声声大喊：“畜生，畜生不如啊！王修小儿，庶子欺人太甚啊！亏得本王看在昔日与你相识一场的份上，更敬你是个身怀旷世奇才的少年英才。哪怕你乃是令我庆国大军前线溃败的罪魁祸首，哪怕你乃是我庆国最大的死敌，本王也冒着被朝中群臣弹劾攻伐、被庆国有志之士声讨、被圣上猜忌，甚至这个通敌叛国的罪名的风险，好心请你来府上喝酒，身子直哆嗦。” 神情愤慨的语无伦次，你竟然竟然竟然趁着本王酒量欠佳，喝得酩酊大醉之际，偷偷潜入我孙女的闺房，还一语一语欺凌于她。双拳不停捶打胸口，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没想到你堂堂康国郡公，看着品行端正，竟是如此道貌岸然之徒，本王看走眼了呀！脑袋使劲摇晃，气急败坏如猴子般上蹿下跳。谁人不知，本王一世英明，儿子又英年早逝，嫡出就这么一个孙女儿。 从小到大，老夫是捧在手心怕掉，含在嘴里怕化。他都尚未许配人家，这要是传了出去，本王这老脸往哪搁呀、啊？呼天抢地，一副寻死觅活的样子。哎呦，老天爷啊！老夫不想活了。我这苦命的孙女儿啊，从小爹娘又走得早，好不容易长大成人了，又惨遭如此横祸，这以后可还怎么嫁人啊？这康国人欺人太甚。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崩溃了，死死瞪着这死老头，眼珠子滚圆。 硬是脑袋一片空白，要是再看不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就纯属脑子被驴踢了。卧槽，牛皮呀、啊！这操作就玩的很溜啊，思路非常清晰啊，仙人跳啊！老子倒是总算明白了，这死老头为何专程跑到皇宫外等着，丝毫不怕被女暴君猜忌，硬是要把老子拽到府上来喝酒。感情是早不好局，在这等着老子呢。就他这个样子，像是酒量欠佳、酩酊大醉的样子。 可唯独这演技是不是稍显浮夸了一些？而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一下子惊呆了。只见这老头上蹿下跳，呼天抢地了半天，似乎总算感觉有些没劲了。烟扒了下来，略微有些尴尬，几分错愕望着他，憋出一句：“怎么？难道你就不狡辩两句？按照常理，这个时候你应该面红耳赤，替自己辩白的呀。虽然你狡辩也没啥用，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王修嘴角一抽，双眼在喷火，牙根咬得咯咯直响，不狡辩了。你继续。老头又是一愣，老脸微微一红，居然还试探性来一句：“那老夫继续了。”紧随其后，重新拿捏一下情绪，老脸一板，眨眼又恢复了刚才那副滔天震怒模样，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小子，出了这种事，你说怎么办吧？亏得本王还拿你当知己，还一直认为你颇有老夫年轻时的风采，还对你极为投缘，甚至都还决定了。 十天后你被砍头时，备些好酒好菜去送你一程。嗯、呃，狠狠一声暴喝，结果你就是这样对本王的，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一跺脚，走，走，现在就跟本王去见陛下，陛下定会为本王做主，也不用等十天后了，马上就砍你脑袋。然而不等他说话，却又话锋一转，嗯、呃，狠狠瞪着他，要不想死也可以，竟是直接从怀里摸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文书来，这里有一份婚书，你立马签字画押。 今日你偷偷摸摸潜入我孙女闺房，意图不轨的事，老夫就当没发生过。而且本王宝贝孙女的名节也保住了。面色一横，条件也简单，找个黄道吉日，跟我家丫头成婚。入不入赘没关系，但日后第一个男丁子嗣必须姓李。而且婚书必须在庆国的官府造册。这样一来，虽然你已经在康国有了三位夫人，但在庆国算起来，就只有我这孙女一个正房夫人了。另外，老夫的宝贝孙女可是庆国的郡主，就算嫁了你。 也不能跟你回康国，只是每年必须至少三个月，你要待在庆国陪我孙女。怎么样？不算苛刻吧？板着张脸，一本正经。况且这对你小子来说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嘛。没办法嘛，本王就这么一个孙女，她虽为郡主，但本王死后爵位还得有人继承。虽说世袭爵位会递减，可到了我曾孙子手里，至少也还是个国公。想一想，你小子混死混活到现在，在康国也才混个不值钱的郡公。 可你与老夫孙女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未来庆国的皇室国公，甚至郡王，还有这么大的家业。吞了吞口水。其次，你既然能娶南楚的新国王，为何不能娶庆国的郡主？没道理吗？而且老夫早就琢磨过了，只要你不在庆国担任一官半职，就算不得资敌叛国，康国皇帝也不至于拿你治罪。最最重要的，听好了，只要你签了这婚书，本王也才有了充足的理由去陛下面前为你求情，不是？ 看在老夫这个叔祖父的份上，你以后就是陛下的堂妹夫了。他还会再砍你脑袋吗？老夫的面子，他多少得给点吧？怎么样？就问你是不是很划算？惊喜不惊喜？对老夫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感动了、啊？只是说着说着，自己都绷不住，乐了起来，一把勾着他肩膀，咧着嘴笑呵呵的，一脸阴谋得逞的贱笑。没办法吗？谁让老夫这辈子青年才俊见过不少，可唯独就你小子最合老夫的胃口呢。 千挑万选，唯独就觉得你小子最配得上我家孙女呢。长得又一表人才，诗又写得好，又会赚钱，还满身都是心眼。我这孙女又长得这么乖巧，以后曾孙子还能差得了？难不成你以为当初在林州，老夫跟你说的，有机会就算把你绑，也要绑来乖乖给老夫做孙女婿，是跟你开玩笑啊？以前你小子身在康国，还拿你没办法，现在都到了凉都，本王还能眼睁睁把你放跑了不成？又朝他没好气一瞪眼。 谁让你自己犯错在先，让老夫逮个正着呢？人证物证俱在，你没辙啊！哦，对了，这一招还是老夫跟你学的。听丫头说，在南楚王城，你小子就是这样对付那有钟龙的，一顿撒泼打滚，贼喊捉贼，硬是把人家收拾的妥妥的。怎么样？老夫学到精髓没有？又一撇嘴，行了，别这副脸色瞪着老夫了，你让老夫心里有点慌。大不了老夫再让一步，你小两口成婚后，允许丫头跟你去康国生活。 但是每年必须放他回庆国来待一段时间，看看老夫。想一想，老夫就这么一个孙女儿，远嫁他国，还挺不习惯。况且眼下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老夫才能去求陛下收回成命，保住你小子一条命啊！快签字画押，本王这就进宫面圣去。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崩溃了，瞪着这死老头，气血翻腾，硬是脑袋炸炸的疼，老脸漆黑，心肝尖尖都在颤。卧槽！ 牛皮呀、啊，相当可以啊！从来都是老子给别人做局，今天不知不觉是被这杀千刀的活生生给上了生动的一课啊！难怪又是皇宫外等着，又是非得拽着老子来喝酒，还张嘴闭嘴你还有十天才掉脑袋，闲着也是闲着，砍头那天本王去送你一程，搞得老子心里慌慌的。做了一大堆铺垫，却是包藏着这样的祸心啊！可关键暂且不说，对你这宝贝孙女，老子压根就不熟，好吧，连朋友都算不上。 更没那方面的心思。你这老头虽说为老不尊了些，吊儿郎当了些，可好歹也是庆国位高权重的王爷，国之重臣，好吧？脑子到底进了多少水，才会想出这一般荒唐的事情？庆国的王爷竟然琢磨着让自家孙女嫁给康国的郡公，难不成这堂堂庆国就找不出一个比老子长得更帅、诗写得更好、更会赚钱、还心眼更多的青年才俊了、啊？而且还是这般下三滥的手段，传出去你不嫌丢脸，老子都嫌臊得慌。 况且，这跟老子娶朱妙语那婆娘是一回事吗？那婆娘是老子先娶过门了，后才登基成了南楚国王。况且，南楚本就是大康藩属国，如今更有大康的驻军，那景龙皇帝才能放心。老子要真是娶个庆国郡主回去，还他么第一个儿子必须回庆国继承爵位。虽说老子不在庆国任一官半职，也算不得资敌叛国，可那景龙皇帝会不猜忌，甚至心生忌惮？最终还不是一样掉脑袋？除非…… 你去跟那女暴君说嘛，从此庆国做大康藩属国，也允许大康派二十万大军来驻防。嗯，的确是个好办法，让那女暴君直接做了老子大姨姐，成了亲戚，小命自然保住了。可老子就算再怕死，也还不至于窝囊到要靠着这样的方式来苟且偷生吧？简直神经病啊！疯了，纯粹疯了！这个时代，难道就没有几个脑子正常的人了？还有做戏做全套，你能不能严谨点？ 连婚书都提前拟好了，是不是对本郡公太不尊重了？瞬间心中怒火腾腾的烧，硬是气血上头脑袋都要炸，一声气急败坏暴喝：“切你大爷！死老头，你是有毛病啊！早知你要玩这一出，当初在林州老子的地盘上就早该整死你，哪还顾得上打不打得过？砂锅大的拳头，着实便要朝他那无耻老脸整过去。老账还没跟他算，新账又来了。没想到。” 不等他虎虎生风一拳整过去，老头却明显早有预料，哟，身形矫健，一个闪躲，竟是蹦得老远，却也几分恼羞，涨红着老脸，脖子一昂，咦，小子胆子不小啊，怎么想跟老夫练练？扯开嗓门又开始呼天抢地叫唤，哎呦，都来看看哦，简直无法无天！康国大名鼎鼎的齐州郡公，趁着酒劲偷偷潜入本王宝贝孙女的房里，图谋不轨，被抓个人赃俱获。 不但不想负责任，恼羞成怒，竟还敢对本王行凶了！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嚎着嚎着，又耀武扬威一瞪眼，小子，反正说啥也没用了。这婚书，你今日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顿时更将他王老爷气得脸色发紫，身体直哆嗦。今天不弄死这老头，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好歹也是堂堂一国王爷，手段怎就卑劣无耻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境界？ 简直脸都不要了，当下更是拧着拳头，咬牙切齿，便扑上去。就算打不过这死老头，能咬上两口也是极好的。这次老头倒是吓得够呛，抱着脑袋慌忙逃窜。于是，一时间房间里更一下子热闹起来，嗷嗷叫喊声、破口大骂声，还有那两个丫鬟吓得花容失色的惊叫声，响作一团，都快要将房顶掀开。我追你跑，你在劫难逃，场面一度混乱。唯独李乐瑶那小妞。 长裙束带倒是早已重新系好，俏生生站在原地，贝齿轻咬下嘴唇，悠悠望着这一幕，神色却是说不出的复杂。小手死死攥着裙摆，樱桃般潭口微微蠕动着，似乎想要出声阻止，偏偏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不知过了多久，混乱不堪的局面才终于渐渐平复下来。别看这老匹夫一把年纪了，可不愧是号称一个手能打好多王修的高手。任凭他王老爷憋着一肚子窝火，发了狂一样满屋子追。 那梆硬的拳头就是弄不到他身上去，一番折腾，反倒将自己累得喘气如牛，满头大汗，两腿发软，感觉身子被掏空，只能双手撑着膝盖，弓着腰，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杀气腾腾瞪着那死老头。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林州的时候没找机会弄死他，否则能让他蹦跶的如此欢乐。可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瞬间懵了。只见死老头反倒还来劲了。 一脸阴谋得逞的奸笑，小子，怎么样，没力气了吧？现在该轮到本王表演了吧？也懒得跟你废话，浪费时间，反正你也赖不掉的。紧跟着，竟是一个箭步冲过来，三两下便将他给摁住了。可怜他王老爷刚一番折腾，累得浑身无力，硬是没能挣脱出去。紧随其后，竟是三两下功夫便从怀里摸出一盒印泥来，抓住他的手指戳了一下，动作无比霸道。单手翻开那份早拟好的婚书。 蘸上印泥，朝着后面落款处便直接戳上去，居然还又摸出一本来，依葫芦画瓢，也别说本王欺负你，一人一份，这样才公平。一气呵成，自己怀里揣一份，又往他王老爷怀里塞一份，还不忘将他扶起来，替他拍了拍衣衫，嗯，表现不错，好孙女婿。对了，本王还找人算了算，再过七八天，六月二十八就是个好日子，本王做主了，到时候替你们小两口把婚典给办了，就在王府里。时间虽仓促了些。 但也来得及，反正现在就算全凉都，你可以满街跑，可也出不了城的，跑都跑不掉。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崩溃了，讪讪瞪着这杀千刀的老匹夫，一时间只感觉大脑都一片空白，嗡嗡的响，目光呆滞望着前方，几分生无可恋的苍凉。哎呦，这特么到底都什么破命哦！在林州府，天天小酒喝着，酱大骨啃着，躺平躺的好好的，怎就招惹上这么个脑壳有病的老东西？ 不声不响，莫名其妙就给来上这么一出猛招，就想不明白了，到底看中老子哪儿了？天下这么多青年才俊，为何就非得逮着老子不放了？堂堂一国王爷，位高权重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干得出来，想一想都荒唐啊！这庆国京城太险恶了，太黑暗了，我要回大康，我要回林州。赵太白害人不浅啊，为了救他，把老子自己栽进去了。要是能活着回大康，不整死那狗东西，算老子蹲着撒尿的。 唯独能自我安慰的，依照这死老头的身手，还有在庆国的权势，明明可以直接用枪把老子一棍子打晕，直接把婚书手印摁了的，居然还煞费苦心搞了一出栽赃陷害仙人跳的把戏，是不是对老子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尊重的？虽说现在老子已经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了，破罐子破摔，虱子多了不痒了，一条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可这都叫什么破事啊？然而这时。 眼见他这副再不留恋人间美好的样子，李达却又没好气一瞪眼：“行了，别人做梦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别哭丧个脸了，跟个娘们似的。来，给本王做个高兴的表情，笑得那叫一个得意，眼睛都快眯成两条缝。况且现在你也拿本王没辙呀。其一，这是梁都本王的地盘，就算你出去说是本王逼着你签了这婚书，可谁信啊？就算你跑去京兆尹衙门告状，你看他们敢不敢受理？” 出去打听打听，这两年跑来向本王提亲的，还有追求我家宝贝孙女的朝中重臣之子有多少？别的不说，当朝宰相想给他家那二儿子撮合老夫这宝贝孙女，往老夫府上跑了多少趟？只奈何这些狗东西根本就是图着本王的权势，想着跟王府联姻，在朝中权力更加牢固。可真要是将丫头许配给重臣之子了，将来本王眼睛一闭，还不知传下去的爵位是姓李还是跟了别人姓呢？还有那些狗屁所谓青年才俊。 要么就只知道摇头晃脑吟两句酸腐诗作，要么一见着本王与丫头就紧张的满头大汗话都不敢说，要么就是一个劲点头哈腰战战兢兢说些恭维的话，一无是处，看着就烦，没一个能让老夫看上眼的。可唯独你小子在林州第一面，老夫瞧着就各种顺眼啊！特别后面了解的越来越多，那是越喜欢啊！别的不说，就冲你小子不贪恋权势，为了不入朝为官，不与康国皇室扯上关系，干的那些破事。 对东宫太子都敢用脚踹，就很合老夫的胃口。王修神情呆滞，一句话都不想说。这老头绝对多少有点啥病。没想到死老头反倒又兴奋起来了，咧着嘴笑得贼欢乐。其次，你趁着酒劲偷偷潜入本王孙女堂堂永宁郡主的闺房，意图不轨，证据确凿呀！王府上下都可以作证啊。你要是敢不同意这婚事，那就没办法喽。大不了我这孙女名节稍微受点损，本王不但要去陛下面前告状。 还要去大街上传，我还要出去乱说，说你不但想欺负我孙女，连府上丫鬟都不放过。哦，对，当初你收拾那吴子俊，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你想想到时候，就算陛下不砍你脑袋，可以这件事来逼迫你康国朝廷给庆国皇室一个交代，最终影响到两国的休战谈判。你在康国皇帝面前，日子怕也不好过吧？一耸肩，一摊手，所以你没得选择吗？王修脑袋瞥向一边，看都不想看他。这老头，真的。 狗都嫌，半晌才咬牙切齿憋出一句：“老匹夫，难道你就不怕？我就算把你孙女娶了，但以后把她天天吊起来打。”却奈何老头反倒乐了，脑袋一扬：“不怕呀，因为老夫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相反，你对每个媳妇都疼得很。”王老爷嘴角一抽，又不想说话了。还好这老东西总算心满意足了，一拍他肩膀：“行了，老夫这还得赶紧去宫里求见陛下，给你小子求个保命符。”笑盈盈的。 当然，趁这机会，你也可以跟本王孙女聊聊，府上一起转转，加深加深感情吗？等本王进宫回来，咱再接着喝。这次让你见识见识本王真正的酒量。随即，大步便朝外面走出去。那两个丫鬟自然也识趣，随即退了出去。房内顿时便只剩下两人。直到这时，王修才稍微回过神来，扭过头，却见那粉嘟嘟脸正悠悠望着自己，神色说不出的复杂，脸蛋微微有些泛红。 小手死死攥着裙摆，依然几分紧张。眼见他望过来，顿时更俏脸一阵绯红，低垂着头，不敢与他对视。而其中又似乎带着些拘束，如同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害怕被大人责骂，搞得王老爷更一阵气贱。这妞在这羞答答的毛线啊，就想不明白了。他爷爷脑壳有病发神经，他怎么也跟着疯？这下好了，舒服了。黑着脸，本想说刀数落几句，可最终还是一句话没说出口。 自然更没心情，真如那老匹夫所说，留下来跟这妞交流什么感情，也只得转身便朝外面走去。没想到李乐瑶反倒有些慌了，大步追上来：“喂，你这是要回黄姐给你安排的宅子吗？我送你回去。”又似乎几分期待，小心翼翼加了一句：“其实你留宿在王府也可以的，府上有很多客房。这样，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多说会话了。”王修脸色依然难看的厉害，不想说话。 只不知为何，以前在南楚王城时倒还没什么，可眼下这么一闹，跟着小妞待在一起，反倒总感觉说不出的尴尬。然而这小妞竟屁颠屁颠就跟上来，眨眼间似乎又恢复了在南楚时那副粘人的跟屁虫样子，神色有些黯然，一副受气包模样。我知道你肯定生我的气了，你一定在怪我为何要和爷爷一起骗你，逼迫你跟我跟我签这婚书。其实爷爷虽表面上看脾气古怪，随时乐呵呵的，可因为爹娘过世。 他心里一直挺难过的，所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这个孙女了。从小到大，不知道在我面前念叨了多少次，一定要给我找个天底下最好最好的郎君，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我还好多次看见他在爹娘临位前不停掉眼泪。所以你别怪他好不好？王老爷没说话，依然大步往外面走。于是乎，粉嘟嘟脸顿时更委屈了，泱泱念叨：“其实爷爷从林州回来之后，就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你。” 说是这么多年，总算遇到一个他看得顺眼的年轻人了。反正就正对他的胃口，还给我说了好多好多关于你的趣事。说你研究出了一个新的骑乘工具，叫什么自行车，每天骑着去府衙当值，看得他心痒得很，好几次都想直接给抢了。还说你跟康国太子亲如兄弟，每次打骂人家太子也不会生气。还说你狡猾奸诈得很，把人家国子监祭酒孔令先都骗得团团转。又说你在知行合一演说会上。 被天下迂腐儒生肆意声讨公法，可你在台上将那李舍人骂得狗血淋头，说的那番话，连他都感动的直抹眼泪。爷爷甚至还好多次长吁短叹，说你要是生在庆国就好了，这样的话，他就算用刀架在你脖子上，也要让你做他孙女婿。而且有他这个王爷护着，在庆国绝对没人敢欺负。撅着嘴可怜兮兮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对你就特别好奇。有时候就想着，居然还有这么有趣的人，要是能亲眼见一见多好啊！ 所以在难处的时候遇上你，我真的特别高兴。眼见他依然不说话，又有些急了。你怎么还是不说话、啊？委屈巴巴的眼神，说不出的幽怨。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没了爹娘，无论府上的人，或者京城那些青年才俊，甚至那些朝中大臣，在我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只知道说些奉承讨好的话。我连一个可以说真心话聊天的朋友都没有。但是唯独你，不但不会对我说些虚伪奉承的话，还还那么狠的打我。 我觉得你跟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就是想跟你做朋友，和你说说话。果然不愧是堂堂庆国的京城，花楼酒肆林立，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商贩们吆喝声此起彼伏，似乎丝毫没受前线战败的影响。五三五四这两个虎背熊腰的货，自然寸步不离跟着。王修依然脑瓜子生疼，满脸如丧考妣。从王府出来到现在，脑袋都还嗡嗡的响。 就想不明白了，好端端的怎就莫名其妙摊上这么一桩荒唐破事？唯独值得庆幸的小命多半是应该能保住了。那女暴君就算再心狠手辣、蛇蝎心肠，现在马上就要做老子的大姨姐了，成亲戚了多少得掂量掂量了吧？更哭笑不得的粉嘟嘟脸居然还真如他所说，铁了心要亲自将他送回去，继续发挥粘人跟屁虫的作风，一路屁颠屁颠跟在后面。算是确定了，这妹子就是因为从小没爹娘、没朋友。 内心孤独，被老子打一顿，打出心理依赖了。终于再忍不住了，停住脚步，扭过头，有些没好气望着他。没想到竟将这小妞吓了一跳，微微垂着脑袋，小手都紧张的有些不知往哪儿放。我知道你就是在生气，我和爷爷用这样的手段来骗你，逼迫你和我签了婚书。你现在肯定很厌恶我，还觉得我就是个不知廉耻的姑娘。可是你不知道，当初在燕城朱姐姐登基大典上，你那么凶的对我，还故意说那样的话。 我是真的生气了，还发过誓，以后真的再也不理你了。可回到梁都后，不知怎么的，我又生气不起来了，就想着这次皇姐前线亲自坐镇指挥作战，一定能大获全胜。等到大军攻破林州的时候，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去林州找你玩了。到时候你就不是康国的官僚，也不用再顾忌我是庆国郡主的身份了。可谁知你真是讨厌死了！终于抬起头来，委屈巴巴望着他。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你。 也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你，但是听说你被黄姐活捉了，还带回京城来了，我真的好担心，都哭了。昨天晚上我连夜去宫里找黄姐了，求她放了你，可谁知我求了她那么久，她就是不同意，还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其实她以前不这样的，眉头浅皱，歪着脑袋，有些呆萌呆萌的。而且这次黄姐就很奇怪，昨天进宫时曾听她身边宫女提起过南楚发生动乱。 由四方深夜一把大火烧了你们康国使臣暂住那院子，你生死不明。那时候他虽在大梁府前线坐镇，但得到消息的时候却紧张的要命，连续两天魂不守舍的，而且还立马就派了探子前往南楚暗中打探你的消息。可为何这次却这么狠心，非得取你的性命？哦，王修顿时神色一愣，后槽牙一阵生疼，更加哭笑不得。这妹子是不是也太天真了些？ 就老子干的这些事，又是讨伐檄文，又是当面将那女暴君一顿臭骂，又是居羽关算计庆国大军一道的，就你去求情，那女暴君就能放老子一条小命？还有南楚大乱时，那女暴君哪是担心老子，明明就是生怕老子没死透，好吧？只唯独想不明白，既然都决定砍老子脑袋了，为何却不直接打入大牢关起来，反倒还给套皇室的宅子住着？却见这小妞嘟囔着嘴，更一副做错事的孩子般模样，然后。 今天早上，爷爷跟我说，要想保你安全，只剩一个办法了，那就是让我嫁给你。这样一来，他才有足够的理由去找黄姐。可爷爷又说，依照他对你的了解，若是直接与你说，你肯定不会同意的，只能用点手段，这样你就能乖乖就范了。接下来你就都知道了。鼓着腮帮，委屈中又带着几分不甘。我真不是故意想骗你的，但为了救你，真没有办法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眼珠子咕噜直转，一脸诚恳。 要不，要不等我们婚典过后，平安回了康国，你就一封休书把我休了，这样总行了吧？但是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我要是有机会去林州找你玩，或者你再来了梁都，再也不准不理我了，好不好？或者你再打我，打我那里一顿，出出气。刹那间，王修算是被这小妞给气乐了，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妹儿小脑袋瓜子成天在琢磨什么乱七八糟的呢？那婚姻大事是如此儿戏的吗？ 说拜天地就拜天地，说和离就和离，半晌才没好气憋出一句：“我说李乐瑶，你是不是脑子有点傻？难道你就没看出来？当初在南楚，老子压根就对你没什么好感，都不想搭理你，更不想跟你交朋友。更何况你是庆国的郡主，我是大康的郡公，还都已经几位夫人了。就算你担心老子安危，想救我一命，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听你爷爷瞎忽悠？我跟你说，那糟老头子坏得很，他发神经，你也跟着发神经。” 说着说着还有些激动起来，这下好了，把自己婚姻大事都给搭了进来。就问问你，就算如你爷爷所说，成婚后你跟着老子去林州，结果离这凉都山高水远的，想要回个娘家，来回都得折腾二十多天，这对你有什么好的？被那死老头如此耻辱的做了这么一个局，本就憋着一肚子窝火，更忍不住有些气急败坏，阴沉着脸，几分怒气。老子倒是无所谓，白捡个娇滴滴的媳妇，以后就乖乖给老子生儿子。所以。 我劝你最好赶紧去找你爷爷，把婚书撕毁了，不然你完了。等着吧，以后就跟老子去林州过苦日子，天天受欺负，以泪洗面吧。可同样，这时骂得更起劲。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够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娇叱，只将旁边路过的几个行人吓得一哆嗦。只见这小妞哪还有刚才那副可怜兮兮的受气包模样？似乎不仅今日，包括在南楚王城时，心中所有的委屈憋闷，这一刻。 彻底爆发，一双溜圆大眼睛，泪水瞬间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娇躯微微颤抖，粉嘟嘟的脸蛋有些苍白，神情幽怨，惹人怜惜。泪眼玛莎望着他，声音沙哑：“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你到底要怎样吗？”我承认，我是挺讨人嫌的。在难处的时候，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我还偏偏就爱缠着你，总想找机会与你说会话。从小到大，我一个交心的朋友也没有，连府上丫鬟下人，在我面前都战战兢兢的。 唯独只有你跟他们不一样。现在我都已经这样了，也给你道歉了，结果你还是这么凶巴巴的，还是不愿理我。撅着嘴，任凭泪水无声滚落。不知不觉，目光中已是一片落寞，甚至怨愤。王秀，我恨你！咬了咬牙，我李乐瑶最后再发一次誓，真的，以后再也不会理你了，也再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了。话音未落，狠狠一跺脚，竟是衣袖掩面，小声抽泣着。 只如一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拔腿便朝远方跑去，跌跌撞撞，身形摇曳，眨眼间就消失在大街人群中。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直勾勾望着这小妞跑远的身影，硬是脸色青一阵红一阵，不知为何更搞得心里一阵烦躁。老子刚才很凶巴巴的吗？哎，这都叫什么破烂事？站在原地，讪讪纠结了半天，却也只得一声长叹，便要朝暂住的那套宅子走去。 然而刹那间，刚转过身，却是瞬间惊呆了。只见不知何时，身后不远处正俏生生站着一个女子，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浅蓝色拖地长裙，腰系流苏，头戴珠钗，身段风韵而又成熟，举手投足间依然那般优雅端庄而又娴静温婉。唯独与以往相比，些许风尘仆仆，似乎显得憔悴了不少。此时就这么俏生生站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来人往，婀娜款,款款下。 那般光彩照人，只如天上皎月，弯弯峨眉，圆润白皙，却又那般明艳动人的脸上，撅着浅浅的笑容，悠悠望着他，眼波流转，目光盈盈。只是笑着笑着，脸上已是斑斓泪花，晶莹的泪珠悄无声息滚落而出，却依然笑得那么甜，那么美。于是瞬间，王修便彻底愣住了，一脸匪夷所思，自是大步便迎了上去，径直走到女子跟前，一下子乐了，笑得有些没心没肺。 咧开嘴，本想再如以往喊上一声“大侄女”，占上一些口舌上的便宜，可不知为何，话到嘴边却又根本叫不出口来。倒是那女子，任凭泪水依然无声滚落，笑靥如花下，目光之中更已是一片浓浓的宠溺与温柔。嘴唇微微蠕动着，半晌才声音凝噎，你受委屈了。”盈盈上前一步，一双葱缎般的小手如贤妻良母般，那般柔情似水，替她理了理额前几根凌乱发丝，来。 让姐好好看看，变瘦了没有？王修讪讪凝视着眼前这张娇艳迷人却又几分憔悴的脸蛋，不知为何鼻息竟有些莫名酸楚。自当初作为朝廷吊唁使臣前往南楚，启程前一天，他来为他送行，距今已是好几个月没见。只是没料到再见面时，竟是自己身陷虎穴之时。本想问一句，他为何会来了这里，可似乎根本又没必要。只是唯独不敢想象，从大康京城一路到这凉都。 而虎牢关居与关前线尚且还处于两军对峙，他这一路冒着多大的风险，又吃了多少苦，而且从来不否认。也不知是因为他那如贤妻良母般的温柔，或是多少次相处的心有灵犀，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子有了一种几天不见便心里想着念着的感触。可没想到，短暂沉默，赵兰却又泛起几分打趣调侃：“刚才那小姑娘看穿着打扮，还有跟你说的话，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便是庆国齐王的孙女永宁郡主了吧？” 你从南楚归来，京城也有传言说你在燕城与庆国永宁郡主还曾一起逛过街。哟，姐以前没看出来啊，没想到你还挺招小姑娘喜欢的嘛。这才多久时间，居然就把人家庆国堂堂郡主勾搭到手了。关键，瞧瞧，又把人家小丫头的心伤的。王老爷老脸微微一红，紧跟着却也不知是不是脑子犯抽，憋出一句：“你不会是心里吃味了吧？”瞬间便见赵兰一阵恼羞。 没好气瞪着他，脸蛋微微一红，清脆一声骂：“几个月未见，一见面就想找死是吧？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调戏起姐来是越来越顺手了。也就小姑娘会喜欢你这种花心萝卜，姐对你这种小了好几岁的还没兴趣。怎么，就真不怕被姐像对付之前那两任未婚夫一样，把你也装麻袋成盒了？”王修一阵吃瘪，不说话了。然而赵兰却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投给他一记嗔怪眼神，娇骂。 瞧你这呆头呆脑样子，再敢占姐的便宜，饶不了你！只是随即又柔声道：“上午刚到凉都时，便听得城中传得沸沸扬扬，说那女皇帝已决定十日后用你的人头震慑大康朝廷，提振军心民心。不过没关系，朝廷如今什么态度，姐尚未得知。但既然姐来了，自然就会将你平平安安带回去。姐就算豁出这条命去，也非得去会一会那李青梅，倒想看看她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又话锋一转，带着几分命令口吻。倒是眼下时间也不早了，这段时间你又受苦了。走，陪姐去买些食材，然后去姐的住所，晚上姐亲自下厨给你做几道菜。好久没和姐好好说会话了。赵兰位于良都的住所是一个名叫花间居的地方，与寻常民舍宅子截然不同。前面临街是一间颇有规模的商号，院墙相隔之后才是居住的宅院。对此，王修道不觉意外。康泰商行多少年来。 一直都有往庆国运送瓷器、绸缎的生意，而且做的还挺大，在梁都也有着三四家铺面。只是现在这边的生意全改成售卖他万通商行的货品了而已。因此，作为康泰商行真正掌权之人，这婆娘几乎每年都会来这梁都小住几天，查一查账，或者听取几家铺面掌柜汇报生意的情况。就如同大康京城，也同样不少庆国商贾开设的店铺。后方宅院算是这婆娘的私人领地，规模不大。 也算不得奢华气派，至少远比不上未来大姨姐提供给她暂住的那套宅子。只唯独没料到，宅院中明明有好几个下人，而且她此番前来还随行带着一个名叫翠莲的丫鬟。这婆娘居然还真决定亲自下厨。道士身子斜靠在厨房门边，几分玩味，静静看着这女人系着一条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看着她那温润风韵的身子，看着她那珠钗璀璨下却又恬静白皙的脸蛋，不知为何，王修心中却一阵从未有过的恍惚。 这女人从来都是这样，如泉水叮咚，又如春风拂面。可突然之间，心中却猛地涌起一个连她自己都惊出一身冷汗的荒唐想法：若是有朝一日，这个女人有了如意郎君，嫁给别的男人的话，或许她心里会失落惋惜吧。几道精致小菜很快便做好，端上旁边饭厅。赵兰还特意为她温了两壶小酒。忙碌完一切，才解下围裙，在她旁边位置坐下。没看出来。 这女人平常忙碌着生意的事，却不但按摩穴位的手法实在令人欲罢不能，而且厨艺更是极其精湛，菜品味道还真不错。赵兰同样陪她小酌了两杯，奈何酒量实在感人，两杯下肚，便与往常一样，脸蛋一片酡红，不敢再饮了。只是一边替她夹着菜，一边婉婉说着些这几个月来京城中发生的一些趣事，诸如哪家酒楼又换了个新的掌柜，结果没多久便卷了账上的钱跑路了；诸如哪个官员在外面养外宅。 被正房夫人逮了个正着，撒泼打滚，下脸都被撕破了，成了京中百姓津津乐道的笑话。诸如他位于京城皇帝赏赐的那座齐州郡公府，他也去看过几次，挺大挺气派。其中有几个不大老实本分的下人，也已被他自作主张给换掉了。王修倒是胃口大开，有些没心没肺，片刻间功夫，几道菜便吃了个七零八落，两壶小酒也喝了个底朝天，一顿晚膳才终于结束。夜幕早已降临，赵兰的房间。 位于这宅院后侧一座小院二楼，算不得宽敞，陈设家具也算不得奢华气派，却简朴大方，极为整洁。只是此时房间内画面却实在有些不怎么和谐。王修正一屁股坐在正中央那张柔软大床床沿上，双手从后面死死搂着赵兰那柔软腰身，将她那风韵温润的娇躯紧紧揽在怀里。而怀里这女人却是恼羞的厉害，扭着头杀气腾腾瞪着他，目光寒气逼人，声音更冷凝的出奇：“放手。” 却奈何王老爷也不知是情不自禁，还是酒劲上头撞了耸人胆，昂着脑袋，嘴里更声声大骂不放。反正老子不管，上次都已经搂搂抱抱过了。姓赵的，你也别吓唬老子，不就是装麻袋沉河吗？不就是剁手吗？来来，放马过来，看老子吭不吭一声。你吓唬谁呢？老子堂堂当朝郡公，是吓大的。嘴一撇，反正老子也打定主意了，反正也已经几个媳妇了，破罐子破摔，不怕再多一个。 若是这次能活着回到大康，老子立马就去找你爹提亲，条件可以随便提。他要是敢不同意，我绝对跟他卯上，就不信了，老子堂堂当朝郡公还收拾不了他？怎么着？不服气？你咬我吗？根本一脸视死如归的豪横，一副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德行。你于是请客，赵兰更气得够呛，娇躯颤抖不已，胸前饱满都上下起伏的厉害，几个月不见。 你是诚心想找死是吧？乃料得到，这个家伙平常在别的女人面前向来温文尔雅、恪守礼节，却唯独在他面前胆大包天到了如此地步。咬牙切齿，双眼更喷着火，快放开姐，然后老老实实坐一边去，陪姐聊会天，然后就滚回隔壁房间睡觉去。姐只是想着，你这段时间从林州到丹城，再到大梁府，再到这梁都凶险之地，那女皇帝又心狠手辣，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心疼你。 想着给你按摩按摩穴位，给你放松放松，陪你说说话。你是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打起姐的歪心思了，是不是欠收拾了？上次就警告过你，再敢对姐动手动脚，非剁了你的狗爪子！可没想到，任凭他气急败坏、恼羞的厉害，却就是瞪着牛眼睛，一副人死卵朝天的德行。一时间，两人大眼瞪小眼，剑拔弩张的厉害。然而，不知过了多久，正当王老爷终于有些硬气不起来了。 额头冷汗都开始一颗一颗往外冒，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她又一下子懵了。只见这婆娘煞气凌人瞪着她，可半晌却又扑哧一声，满面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无奈，只是几分恼羞，没好气瞪着她：“哎，姐该拿你怎么办？喜欢抱就抱着吧，反正姐一个寡妇也没想过这辈子再嫁人了。你这人犯起倔来能把人活生生气死，偏偏还拿你没辙。要换做别人敢这样，姐早剁了他的手了。而且……” 你这个样子，让姐以后怎么和你相处？刚才那满面羞愤怒气消失的无影无踪，脸蛋更是唰的一下涌起一片醉人红晕。可不知为何，向后扭着头，悠悠望着他，眼波流转中神色说不出的复杂。不知不觉，眼眶隐隐有泪花在闪烁。破天荒的，只是轻轻将脑袋枕在他肩膀上。于是乎，王老爷总算心满意足了，只是双手轻轻搂着这个女人的柔软腰身。 感受着软香在怀的温润如玉，倒是不敢再有丝毫动作。哎，亲眼目睹过这婆娘当初知行合一演说会上，酣畅淋漓一巴掌抽在那郑女的脸上，吓得几十个儒生世子大气都不敢出。那威猛霸道的强大气场，让老子至今都还心有余悸啊！赵兰也再没说话，只是脑袋轻轻靠在他肩膀上，明艳无比的脸蛋，点点醉人的红晕，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时间，房间里变得一片宁静祥和。然而，也不知过了多久。 却又响起一阵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可兰兰，女人清脆，闭嘴！叫兰姐，乱叫什么？恶心不恶心？可不叫就不叫嘛，那么凶干啥？就是就是，我从翠屏山被那个女暴君摆了一道，你是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苦啊！那臭婆娘的清军一个个都凶巴巴的对我，动不动就拔出刀来，叫嚷着要砍我脑袋。还有那女暴君，一大早把我叫去，还扬言要把我千刀万剐了。 还要把我的肉煮了，分给庆军将士们吃。我抱着他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他，也没用。女人眉头轻皱，一双葱断小手，任凭被他紧紧握在掌心。所以呢？所以我现在有心理阴影了。白天走在街上都战战兢兢，生怕被那些庆国人突然冲出来乱刀砍死。晚上睡觉也常常被噩梦惊醒，我都好几天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了。而隔壁房间空荡荡的，又黑漆漆的。兰兰，我害怕。女人似笑非笑，神色古怪。 继续说，所以我就琢磨着，今晚就睡这房间算了。当然，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一向道德高尚，品行正直，绝对不是打着什么歪心思想对你，而实在是觉得身边有个人，晚上睡觉能心里踏实些。你要是信不过，可以在中间画个界限。我对天发誓，我要是半夜偷偷过界，我就是禽兽。真的，你看着我的眼睛，是不是很真诚？然而话音未落，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啊，爱、哎、要。 松手！姓赵的，你疯了！好端端跟你商量，你揪老子耳朵干什么？与此同时，伴随着阵阵女人的娇骂声：“翠登徒子，你一撅屁股，姐会不知道你要放什么屁？吃了雄心豹子胆，越来越得寸进尺了是吧？”紧跟着，伴随着一阵乱糟,糟糟脚步声，房门被打开。出去，老老实实给姐滚到隔壁房间睡觉去。成天脑子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呢？信不信姐真把你装麻袋沉河了？ 只是气急败坏骂着骂着，却又噗一声娇笑，站好了，便见女子带着几分哭笑不得，脸蛋涨得一片通红，踮起脚尖，温润弹口如蜻蜓点水，吧唧亲在王老爷腮帮上，葱断小手才放开他的耳朵，补偿你的，这下满意了吧？这辈子真是欠你的，赶紧老实滚去睡觉！砰，房门便已关上，只留下门外，声声破口大骂：“姓赵的，你没人性！我都这么可怜了，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完了，两家的合作终止了。回去，老子就撕毁合作契书，你们康泰商行等着破产吧。只是此时他也没听见的，紧闭的房门背后，女子一阵若有若无的呢喃：“傻子，其实姐何尝不是天天念着你，想着你？只是，哎，冤家，真是拿你没办法。要是早几年与你相识，该多好啊！过些时日，你知我当朝长公主身份，还会以此番情谊待我吗？”最终，王老爷也只得哭丧着脸。 老老实实睡在隔壁那空荡荡又黑漆漆的房间。第二天，当起床下楼，却发现赵兰早已出了门，也不知是去查看几家店铺生意，还是干什么去了。百无聊赖，自然也没心情继续在这待下去。走出花间居，倒是一下子乐了。只见五三五四那两个憨货，倒不愧是女暴君身边的暗卫，不是一般的尽忠职守，居然硬是不眠不休在大门口守了整整一晚上。本来还琢磨着过两天等到敌人放松戒备。 找个合适的机会，干脆乔装打扮，混在赵兰这婆娘的商队里，然后混出城去，赶紧开溜。现在看来有点不现实啊！这两个货随时寸步不离跟着也就罢了，谁知道那恶毒婆娘暗地里还安排了多少人盯着？想要混出城去，根本都不可能。接下来几天倒是平淡无奇，王老爷也无非老老实实待在女暴君提供那宅子里，或者看看书、写写字，或者与唐娇那小妞在宅子中那莲花池里钓钓鱼，倒也乐得清闲。 唯独出乎意料的，李乐瑶那妹子明知道他的住处，也没来找他。要知道，那粉嘟嘟脸跟屁虫之前可是随时都叫嚷着最喜欢跟他一起玩耍的。看来这次是真被他王老爷一顿骂给伤透心了，倒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而真正匪夷所思的，李达那死老头那般手段卑鄙，硬是把他摁在地上把婚书签了。这几天居然也音讯全无了，反倒一下子又把他王老爷搞得心里又有点慌了。 卧槽！那死老头拿着婚书去皇宫求情，不会被拒绝了吧？那恶毒婆娘心狠到如此地步了，未来妹夫的脑袋都要砍，简直没人信啊！时间转眼已是六月二十六，而这一天天刚亮，当他王老爷刚起床走出房间，却见宅子中丫鬟来报，说是宫中来人了，正在外面候着，让他心中一阵疑惑，摸不透那女暴君又要做啥。大步走出府门，却果然只见那太监高远，又如上次一般。 领着一群禁军侍卫，身后停着一辆马车，在外面候着。眼见他出来，依然只是一拱手，算是行了一礼，随即做了个请的手势。王俊公，你们康国使臣昨日下午已经到了梁都，圣上已经决定今日大朝会上与文武百官一起召见康国使臣，圣上还吩咐了，请王俊公也一起参加。郡公爷，请吧。王修顿时一阵诧异，算算时间，距离居羽关一战，庆军大败。 女皇帝不得不递交休战国书，也已经过去半个月，大康使臣也该到了。可关键，使臣到来也无非两国之间休战谈判、军费赔款、重新划定边境、签订互不侵扰协定之类。把本老爷叫过去干什么？难怪都已经决定用老子的脑袋祭旗了，却偏偏当时不砍，得留到十天后，还闹得满城皆知。难不成还真是想借此要挟大康朝廷，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占据主动？他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 在国家、大力朝廷荣辱面前，老子一个区区郡公算得了狗屁了。而且跟皇室还不沾亲不带故的。又或者让老子过去，趁着老家来人了，有什么遗嘱意愿的，赶紧交代。想的还怪周到的呢。乘坐马车，在一群庆国禁军护卫下，依然还是从上次那道侧门入宫。只奈何刚经过那条长长的甬道，没走多远，马车便被拦了下来。倒也能理解。 毕竟这大朝会之地乃是一国最高权力军政中心，自然规矩繁多，马车马匹自是不能前往的。在高远的引路下，又走了足足半刻钟，才终于到达。只见眼前一大片空旷广场，四周一根根雕栩栩如生、盘旋金龙的巨大石柱冲天而起，壮观巍峨。前方是白玉铺成的三条台阶，一级级向上，直延伸向远方。两侧蹲着一座座嘴含龙珠的威武石狮，总给人一种肃穆之感。 其中自然以中间台阶最为宽敞气派。据他王老爷了解，皇宫重地，哪怕一旦一阶，都有着严格规制。如果没猜错，恐怕只有三品以上大员上下朝时才能走中间台阶吧。阶梯尽头那一大片宽阔高台上，是一座雄浑大殿，朱墙黄瓦，一根根足两人环抱的红色柱子支撑，上雕刻盘旋龙纹，四周白玉雕砌的栏杆更格外热线。除此之外，一个个身穿盔甲、头戴红绫的禁军。 威风凛凛拱卫的滴水不漏，这里自然便是庆国历朝皇帝进行大小朝会、商讨国政大事的机要之处了。承明殿，那叫一个金碧辉煌、巍峨而又壮观，直让人啧舌不已。与此同时，只听得前方那成名殿外一声唱喊：“宣康国齐州郡公王修进殿。”高远这才领着他顺着右侧那白玉台阶向前方走去，踏入大门，却更瞬间愣住了。 只见眼前好一座空旷巍峨的大殿，雕梁画栋，檐牙高啄，雄浑庄重下，令人总感觉一种无形的威严气势扑面而来。不仅如此，内里更早已人满为患，一个个身着各种颜色、各种制式朝服的官员们分列两侧，整整齐齐站着。有手持护板的文臣，自然也有披甲的武将，足足近两百人之多。而且果然如赵太白那两球货所言，庆国朝堂近三成的官员都是老娘们。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国朝廷大朝会的光景，纵然他王老爷也算经历过大起大落了，一时间也不由得有些胆战心惊，倒是一阵莫名感慨。身为大康的郡公与官员在，在至今还没去过大康京城，还没见识过大康皇帝的早朝，反倒先来庆国京城长了长见识，倒有些讽刺。人群之中搜索一遍，倒也看见了几个老熟人。那更年期提前到来的兵部尚书李清，站在文臣一列靠前端的位置，这一身光鲜朝服。 依然一副灭绝师太的阴沉苦瓜脸，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搞得好像全天下的人都欠他银子一样。眼见他王修进来，更是眼露寒光，咬牙切齿，如见到生死仇敌。还有当初在大梁府女帝中军大帐，得知居玉关前线兵败，恼羞成怒之下，率先站出来谏言女帝，马上砍他王老爷脑袋。那个一把年纪、身材魁梧的老将军，从所占位置来看，在庆国武将中职位极高，多半也是个大将军之类的。 此时更是死死瞪着他，双眼在喷火，胡子又开始一根根翘了起来。不仅如此，其余众官员虽基本都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王老爷，却也同样没什么好脸色，满面敌意，愤慨不已，就好像被他王老爷半夜偷偷摸到被窝里，用棍子捅了娇艳花朵。对此，王修倒是无所谓，反正也没指望这群庆国大臣能对他和颜悦色、热情似火。唯独颇感意外的，居然并没有瞧见齐王李达的身影。 这一般重要的大朝会，也不知那下流无耻的死老头跑哪去了？难不成那天拿着婚书去替老子求情，结果惹怒了女暴君，被自己侄孙女拿下问罪了？活该！除此之外，正前方那座建得极为气派庄重，应该正是皇帝端坐龙椅统领群臣的高台，竟与当初中军大帐所见一样，竖立着一块巨大绿色屏风，看不见后面的光景，可左右两侧却分别恭敬站着两个宫娥，还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形精瘦的老太监。 势力一侧，五姨，那屏风后坐着的，自然正是那恶毒女暴君李青梅。没料到那女皇帝就连早朝召见群臣，竟也是用屏风挡着。不过这一次，王修道在没有心中腹诽，那婆娘必然是丑得无法见人，都到了有失庆国朝廷颜面的地步。这几日，在这位未来大姨姐提供的那宅子里，也翻过庆国一些书籍典史，才终于得知，庆国虽历史上出过不少女皇帝，但是按照宗室礼法。 女帝尚未大婚，圣王之前面见群臣皆需如此，不便随意抛头露面。哪怕女皇帝也是要嫁人生娃的，有了子嗣才有国之储君，绝对不可能像他王老爷之前想象那般养一堆面首男宠，荒唐而又乌烟瘴气。否则国家颜面，朝廷颜面何在？而且按照礼制，女帝大婚之后，这成名殿内的屏风才可拆除。而此时大殿中央那空地上，尚且还站着十六七人。 与两侧密密麻麻的庆国官员不同，一个个皆身着大康官服，无疑自然是此次代表朝廷前来庆国休战谈判的大康使团了。为首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多岁的男子，身材略显魁梧粗壮，脸色白净微胖，着紫红色袖和官袍，不苟言笑，举手投足总带着些令人生畏的刚正气势。此人王修道也认识，当初在林州与那南楚二十多名饱学之士那一场才学比试时打过交道。 大康兵部尚书钱正，当初也正是这位手握大康对外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代表朝廷与南楚使团签下了那一堆赌约，然后在与太守郑明礼灵机调动了林州驻营守将，前往岐山之地接管驻防，倒是个刚正不阿且颇有魄力手段的官员。不仅如此，人群中居然还看见了张曲，当初前往南楚吊唁，这老头身为礼部员外郎，担任副使，一路上就知道窝在马车里。 对着随行带着那美艳妇人疯狂打卡，正事没干多少，反捞了一屁股功绩回京。眼下从身上朝服制式来看，好像还升官了呀。至于其他使臣，王修都不认识，但用屁股想也知道，绝大多数恐怕都是兵部的大员、侍郎、员外郎之类。毕竟此番出使与当初南楚国王朱举驾轰吊唁不一样，涉及两国军政大事，自然当由兵部为主，礼部为辅。 只是明显，早已经与庆国君臣唇枪舌,舌剑吵过一架了，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国与国之间交锋，不就是如此，吵吗？干嘛？谈不拢接着打吗？而这时，眼见他王修进来，只见那钱正却是面色一震，乃顾得了此时尚且还在庆国朝堂，竟是那般匪夷所思，大步迎了上来，居然还郑重其事理了理官袍，紧跟着竟是九十度弯腰，举止谦卑行了一大礼，情绪激动。 王俊公舍身为国，精于谋略，用兵如神。一声大呼：“请受本官一拜！”与此同时，身后那群使臣官员同样更是直大礼拜了下来。瞬间倒是将他吓得够呛，哪见过这般阵仗？没想到钱正却依然满面激动，拽着他的胳膊，声音都颤抖不已。王俊公昔日与南楚一场才学比试，轰动天下，何等意气风华！南楚大乱，仅仅凭借两万多将士，匡扶南楚王室正统。 灭西赵、宋、吕两国，为大康开疆拓土，立万世之奇功。如今庆国狼子野心，大举进犯，国家危亡之际，王俊功更一己之力解大康金鸡之危，扶社稷之将倾，扬我大康国威。本官临行前，圣上说了，王俊功乃是国之柱石，他将与皇后娘娘执天子仪仗，乘天子銮驾，京城北门三十里外，亲迎王俊功凯旋归朝。娘娘令本官转告一声，娘娘说，王俊功此番解国之危难。 自己却身陷险境，生死未卜，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他都记在心里了。然而话音未落，却见庆国满朝文武一个个更恼羞愤慨的厉害，杀气腾腾望着这边，怒目圆瞪，更群情愤慨的厉害，谩骂声、呵斥声不绝于耳。胡言乱语，真是胡言乱语！康国这是朝中无人了，区区阶下囚竟然天子相迎，笑话，简直笑话！倒是想的还挺美，还想着凯旋归朝。 真是死到临头上不自知，就是以本官之见，也不必等到几天后了，今日就砍了这小儿的脑袋，杀一杀这群康国人的威风。否则，他们还真当我庆国朝廷软弱。倒也难怪，一个个瞬间像被踩着尾巴的猫。毕竟这样的场合，当着庆国文武百官的面说出这样一番话，那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嘲讽挑衅啊！可没想到，王修却是一下子乐了，堆起满脸灿烂的笑，还故作谦卑之态，扯开嗓门嚷嚷：“咦！” 前功严重了，严重了！在下终究亦无知小儿，虽能写上两句憋足诗，可对排兵布阵、兵法之类完全一窍不通。乃比得上庆国，不但兵强马壮，而且满朝皆是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兵部更全是一群精于谋略兄、胸有大才之能臣。别的不说，就此番为丹城而不攻，让咱大康满朝皆以为其用兵的重点乃是丹城之地，可实则意图一举攻破居玉关，直逼我大康京城。瞧瞧这一出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谋划！ 多完美，多无懈可击，咱哪比得上？此番大胜，运气，运气而已。以后这类排兵布阵、用兵谋略的事，有机会还得多向庆国君臣学习学习。钱正神色一愣，倒是那张渠瞬间来了精神，精瘦老头嗖的一声窜出来，眼珠子一瞪，扯开破锣嗓子，生怕别人听不清似的：“哎，郡公也所言极是啊！此次居宇关大战，庆国可是足足十六万大军，不仅数量占优。” 而且个个可都是骁勇善战之士，十六万大军杀声震天，全面猛攻巨玉关，好吓人的呢！而咱们大康除了十二万守军，就只有郡公爷暗中调来的两千灵州城防司了。谁不知道城防司的职责无非是大街上巡逻，处理处理老百姓打架斗殴的鸡毛蒜皮事情，连军人都算不上，也更没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哪能上阵打仗吗？下官琢磨着，此番居然就两千城防司官兵，全面扭转了战局，打得庆军哭爹喊娘的。 这不是运气是什么？难不成如此强盛的庆国大军，却连区区两千城防司官兵都搞不过？传出去让人笑话吗？一边嚷嚷，还一边满脸见笑，不停朝他挤眉弄眼，一副邀功表情。右脑袋凑过来，压低声音：“郡公爷怎么样？下官配合默不默契？下官出使庆国也两三次了，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扬眉吐气过。骂死他们，痛快，痛快啊！今晚下官做东，专程请郡公爷。” 去潇洒潇洒，上次与郡公爷出使南楚，啥事没干，回来就受了赏赐，还升了官，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郡公爷呢。而且这次郡公爷被俘，哦不对，被请来梁都受苦受委屈了，下官心里也难受啊。一拍胸脯，庆国女子多妩媚，以身娇体柔著称。梁都乃一家花楼的女子，长得最漂亮，最有才艺，最会侍奉人，下官清楚着呢。哦不对，咱去体察民间女子疾苦，放心。 绝对给郡公爷安排最美的女子，要几个安排几个，上最好的酒。咦？王郡公歪着脑袋，眼珠子滚圆。这老头还真是性情中人啊！可关键不大好吧？还有这段时间憋着一肚子鬼火，趁此机会已经将这群庆国大臣劈头盖脸一阵嘲讽了。你还跑来阴阳怪气，火上浇油，人家还不得立马炸了锅？当场气死几个怎么办？扭过头，果然只见刹那。 偌大的成名殿，只如炮仗扔进粪坑里，炸开了锅。庆国乃是天下强国，兵强马壮，国库充盈，文武大臣自然满身傲骨。他国使臣前来，从来都是谨小慎微，哪受得了今日这般赤裸裸的嘲讽？瞬间只如被刨了祖坟般，那叫一个满腔悲愤，暴跳如雷，磨刀霍霍，一副就要蜂拥扑上来将两人大卸八块的架势。谩骂声、咆哮声更不绝于耳，都快将房顶掀开。庶子猖狂！ 庶子猖狂啊！真是岂有此理！区区康国使臣，竟也敢在我庆国朝堂如此狂妄！小人得志，简直小人得志啊！哎，世道乱了！此番居宇关一战，我庆国大军若不是中了那小儿奸计，岂能由得这些康国人如此狂悖？上百年来，何曾有任何一国使臣敢在我庆国朝堂如此猖狂无礼？王修小儿，竟敢如此污言秽语，辱我庆国君臣！老夫跟你拼了！ 那灭绝师太李清身为执掌兵部的大员，更气得浑身直发抖，大口喘气，满面狰狞。与此同时，那白发苍苍的魁梧老将军，明显脾气不是一般的暴躁，更是首当其冲，一个箭步便已到了前方中央，单膝跪地一抱拳，朝着那绿色屏风一声大呼：“陛下，老臣愿死谏！”这王修小儿实在狂悖至极，不仅处处与我庆国朝廷作对，居与关一战更是恶毒奸诈伎俩，使我庆国大军溃败，朝堂蒙羞。 如今身为阶下囚，不但不知敬畏，反倒更如此胡言乱语，辱我庆国君臣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臣斗胆恳请陛下立下旨意，将这恶贼处以极刑，以振军心，以顺民意。紧随其后，自是不少人更义愤填膺，齐刷刷站了出来，声声大喊：“臣附议，臣也附议，陈老将军所言极是，恭请陛下速下决断。”承明殿内瞬间已是群怒滔天。 乱作一团，王修倒是再没说话，只是冷眼望着这一幕。可就在这时，正当满朝庆国文武群情愤慨叫嚷的厉害，不等屏风后女皇帝开口，却只听得一声大喝：“我看谁敢！”转过头，却见钱正首当其冲站出来，面向庆国女帝龙一所在那道屏风，面色阴沉，却是满脸浑然不惧的坚毅。倒是李杰性一拱手，声音铿锵：“庆国皇帝陛下，外臣还是那句话。” 外臣身为大康兵部尚书，此番率我大康使臣前来，只有一个目的。齐州郡公乃是我大康的盖世英雄，乃是为我大康社稷与百姓立下滔天奇功的瑰宝，还轮不到你们庆国人如此羞辱欺凌。一福秀一声冷哼，否则，以外臣所见，关于两国休战也没必要谈了。顷刻间，那群庆国文武官员一个,个个更气得够呛，特别那老将军更是转过身来，面色铁青发紫，胡子一根根翘起。 一声讥诮冷笑：“你好大的口气！这位康国正使，你是不是未免也太不将我庆国放在眼里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尔等作为康国使臣，我庆国泱泱大国，自有风度气量，自当以国礼相待。但是别忘了，这王修小儿乃是我庆国的俘虏，如何处置，乃我庆国朝廷的事。”灭绝师太李清同样大步走了出来，面色狰狞，恼羞不已，瞪着钱政冷哼：“同为兵部尚书，怎么？” 难不成正史大人以为你们康国仅仅因为在居玉关打了一场胜仗，便可借此来要挟我庆国君臣了？此番居玉关一战，我庆国损兵折将，是不错，彻底失了主动权也不假。冷笑，可即便如此，依照你们区区康国的财力国力，想要反攻我庆国，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我庆国君臣只是心存悲悯，担心两国无休止长时间再打下去，两败俱伤，最终受苦受难的终是两国百姓，才递了休战国书。 难不成你康国皇帝已经昏庸到自以为是我庆国怕了你们不成？胸脯一挺，一声大喝：“至于这王修如何处置，我庆国皇帝陛下自有论断。”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大殿之内硝烟弥漫，气氛更冷凝紧张到极致。然而，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在场所有人一下子愣住了。只见一直冷眼旁观的王修似乎再忍不住了，不紧不慢走了出来。出乎意料，似乎丝毫没意识到。 此时已经彻底处于生死绝境，目光冷冷扫过这满朝庆国文武，不知不觉脸上已是一片赤裸裸的讥诮。众人皆言虎狼庆国朝政清明，满朝皆能臣干吏，依我看也不过如此吗？你，那李清更恼羞的双目充血。没想到，不等他说话，王修却又一耸肩：“你李清还有那位陈老将军说的没错，本郡公不是使臣，是俘虏，你们庆国自有权利决定如何处置，即便是当众斩首。” 传与天下皆知，也不至于惹了骂名。而本郡公也深知，依照大康的财力国力，哪怕居羽关打了胜仗，拿到了此番两国战事的主动权，纵然有本郡公心研究的利器协助，可是面对如此强盛的庆国，要想一举反攻，直入庆国腹地，要想彻底灭亡吞并庆国，也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打到最后，多半便是两败俱伤，百姓民不聊生。事关国之生死，谁也不敢做此豪赌。 只不知为何，神色几分怆然。了解本郡公的都知道，我这人一向贪生怕死，哪怕居玉关一战，将计就计，同样一招瞒天过海，终究侥幸助我大康骁勇男儿大获全胜，也不过仅仅因为我的兄弟大康太子殿下被困丹城，生死难料。本想明哲保身，置身之外，大不了以后多给他烧点黄纸。奈何我这人又向来心软，再加上本郡公身为大康灵州判司，实在不忍看见，等到居玉关失守。 庆军长驱直入，直逼大康京畿，而我林州百姓注定只能生灵涂炭。大康的其他人我管不了，但身为林州的父母官，我得保护我的百姓。何况那儿还有我的妻子，还有他们肚子里的孩子。仅此而已。一时间，大殿之中再没人说话，所有人只是怔怔望着这个男人，神色各异。短暂沉默，却见这少年郎又一丝冷笑，只是千算万算，没料到把自己栽了进来。 扭头望向正前方那块翠绿屏风，无奈苦笑：“李青梅，你赢了，栽在你手里，我认了。”一声长叹。不过没关系，自从落入你庆国手中，本郡公就没敢奢望能完好无损活着回大康。但是，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妻儿终身富贵平安，值了。况且，哪怕再过十年百年，我大康或许还会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傻子，为了救自己的兄弟，为了大康的百姓不生灵涂炭、饱受战火，最终横尸北方一国。 能称呼一声英雄，我也不亏了。尖色笑笑，此生只为独遗憾。突然记得曾经有个女子，老爱骂我一句，说我就是这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以前年少不懂，经历几番生死，现在才终于有些懂了。然而说着说着，声音却又几分冷冽，望着这满朝庆国文武，更已是满面露骨的不屑。一字一顿，倒是你们，怎么？不就是打了败仗吗？不就是被人嘲笑了两句吗？怎么，受不了了？ 要跳墙了，也别在这里张牙舞爪的吓人。除了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们还能干点什么？还是那句话，你庆国将士的命珍贵，难道天生我大康的男儿就该命如草芥？你庆国君臣一番声东击西的谋划、排兵布阵，那叫运筹帷幄、用兵如神；而本郡公将计就计，一招瞒天过海，那就叫奸诈无耻。皱着眉头，不服气，不服气，两国接着打便是啊！一个个。 如疯狗般狂吠，反倒只让人看不起，害怕一败再败伤及国本。九明说：“何必张嘴虚伪的叫上一声，担心最终受苦的是两国百姓，哪怕死到临头，本郡公今日也得送你们一句话：一群自以为是的东西。”寂静。顷刻，偌大的成名殿化作一片死寂，没人再发出丝毫声音，只是瞠目结舌望向这边。如何想得到，这个男人都已身陷绝境，不但不知赶紧求饶，竟还有着如此泼天胆量？ 将这庆国满朝文武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毫不留情，酣畅淋漓。只为读那屏风后突然传来一声脆响，似乎有东西掉落地上。密密麻麻的庆国大臣却也不知是被震慑住了，或是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驳，虽依然满脸愤慨、恼羞之色，青一阵、红一阵，竟是再没人说话。那十多个大康使臣，一个个又何尝不是满面骇然、错愕？不少人眼眶微微有些泛红。兵部尚书钱正。 喉结上下鼓动着，更已是满面沉重。也不知多久，却只听得正前方那道屏风后一道声音悠悠传来：“王修，你依然还是这天下最大的傻子。”语气不急不缓，可不知为何，似乎隐约有些沙哑。王修也再没说话，只是冷冷一笑。然而，同样这时，却只听得大殿外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大喊：“黄姐，不要！”由远及近，夹杂着几个禁军侍卫的苦苦哀求声：“郡主，朝堂重点 万万不可擅闯啊！郡主，此乃国政重地，陛下正召见康国使臣，还请郡主先离开，莫要让卑职等为难啊！若是陛下怪罪下来，卑职等人可是杀头大罪啊！还有女子的愤怒娇骂，快闪开！本郡主有急事要见皇姐，谁敢拦着？信不信本郡主把你们脑袋统统砍了？王修顿时神色一滞，紧随其后，便见殿门外火急火燎、跌跌撞撞冲进来一女子。 十七八岁年纪，身着锦绣花纹样式、上等月缎的短衫劲装，脚踏雕花流云靴，粉嘟嘟的脸蛋搭配樱桃小嘴、大眼睛，煞是娇憨可爱。满面焦急紧张之色，脸蛋都有些煞白无血色，眼角甚至还点点泪珠。赫然正是庆国永宁郡主李乐瑶，丝毫不顾身后几个禁军阻拦哀求，眨眼间功夫便已冲到那翠绿屏风前。倒是满朝庆国文武大臣一阵窃窃私语，总算打破刚才的死寂。 只见这小妞倒是先扭头悠悠望他一眼，可也不知是不是因为那天在街上被他凶巴巴训了一顿，依然伤心委屈的很，可怜巴巴，眼眶一红，随即却又撅着嘴，气呼呼朝他一瞪眼，扭过头去，故意不再看他，一副本郡主还在生气，不想搭理你的娇憨德行。再抬头望向那翠绿屏风，刚刚明明还一副刁钻跋扈模样，却也明显颇为忌惮女皇帝的威严，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嘟着小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想要开口说点什么，可似乎又有些不敢。不知多久，才似乎总算鼓足着莫大勇气，有点呆萌呆萌的小手死死攥着山柏，一咬牙，憋出一句：“黄姐，这王修不能杀，求黄姐放了他吧。”于是，刹那大殿中一片哗然，满朝大臣一个个面面相觑，更是满面错愕、惊讶，交头接耳议论个不停。这郡主殿下说什么呢？ 这都什么情况？郡主殿下怎无缘无故替那康国郡公求起情来了？荒唐！这不胡闹吗？那李清更一下子急了，大步窜了出来。虽身为朝官，可算起来终究是这小妞的远房姑姑，几分愠怒，一声呵斥：“殿下，你胡说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王修，才导致咱庆国前线溃败。他乃是我庆国的死敌啊！你怎能如此糊涂，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南楚燕城时，下官不是早一再嘱咐过殿下，离这王修小儿远一些。你到底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那群大康使臣一个个又何尝不是面面相觑，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唯独王修站在一侧，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可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在场所有人一下子震惊了。只见这李乐瑶被李清一顿训，瞬间更委屈了，急得眼里兜兜止不住泪水直打转。 几分战战兢兢模样，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因为，因为，可紧跟着却是面色一横，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丢出一句：“因为我早已把身子给他了，早已是他的人了。”话音未落，瞬间只如一道惊雷，大殿内一片哗然。文武大臣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震惊当场。灭绝师太李青更瞬间脸色难看到极致，面部都已扭曲，气得身子直发抖，一声呵斥：“郡主，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朝堂之上，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没想到这小妞尽管被一声呵斥，也吓得面色惨白，可紧跟着却又一咬牙，只是可怜兮兮望着前方那道屏风。黄姐，我说的都是真的。目光又有些闪烁。当初在南楚王城时，我便对王俊公一见钟情，他还陪我一起逛街，给我买好多好吃的，还陪我赏花写诗，然后我便与他私定终身了。鼓着腮帮，当然这些都与爷爷没有关系。不仅如此。 王俊公来凉都之后，我还与他已经签了婚书，而且这辈子我都非他不嫁了。一边说着，竟还真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来那份婚书。不信的话，你们都可以看。眼里撅着泪水，可怜巴巴又嘀咕一句：“所以黄姐，如果杀了王修的话，我，我我就只能做小寡妇了。”于是刹那，偌大的成名殿更是一下子炸开了锅。那密密麻麻的庆国大臣，瞬间只如被踩着尾巴的猫，捶胸顿足、惊呼声、交头接耳议论声。 都快要将房顶掀开，如何想得到好端端的大朝会竟生出如此波折来？这可是庆国身份尊贵的郡主，啊，怎能如此随意便与敌国郡公司定了终身？已经不仅仅是关乎自己名声，一定层面也关乎整个朝堂颜面。李清更是噔噔后退两步，一脸见鬼的表情，望着李乐瑶手中那份婚书，已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倒是站在文臣最前端，一个身着紫色官袍、鹰钩鼻的中年男子扭过头来。 瞪着王老爷，更是一脸苦大仇深。从朝服以及所占位置来看，如果没猜错，应该便是庆国位高权重的宰相了。看来李达那死老头还真没撒谎，就连当朝宰相为了撮合自家儿子与这小妞，那是花费了多少心思。结果眼下这么一颗水灵灵的大白菜，却被一头来自敌国的猪崽子连根拱走了，那还能忍？一时间那架势，似乎一个忍不住就要扑上来跟他撕衣服、扯头发干起来。而此时。 王修又何尝不是惊得无以复加，直勾勾望着前方这小妞，硬是嘴巴成 O 字形，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卧槽，这妹子疯了，是真敢说啊！为了保住老子一条小命，竟然朝堂之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这是连名节，甚至王府的名声，啥都不顾了呀！本来之前虽说在那杀千刀的死老头一顿无耻下流的操作下，两人婚书已经签了，但知道的人甚少。 只要能让那死老头同意私下撕毁婚书，这出闹剧也就算是就此揭过了。可眼下这么一闹，已是完全没了回旋余地呀、啊。倒是张渠那死老头，眨眼已窜到他旁边，两眼放光，一脸崇拜，压低声音：“哎呦，下官这次是又开眼了呀！没想到郡公爷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竟是闷着头干大事的人啊！不声不响，竟连虎狼庆国齐王的孙女，堂堂永宁郡主都拿下了。” 下官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汝当为吾师矣。王修更气得快吐血，压根不想搭理他。然而这时，却只听得那屏风后女皇帝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你先退下吧。”李乐瑶顿时更急了，皇姐。可话未出口，却又听得一声呵斥，明显女皇帝也有些怒了，语气都加重不少：“朕让你先退下。”于是乎，李乐瑶便不敢再说话了，却又根本不愿离开，只是任凭泪水不停在眼眶打转。 然而，同样这时，却只听得殿门外一声大喊：“报！”紧随其后，便见外面大步冲进来一禁军侍卫，单膝跪地，朗声道：“禀陛下，康国长公主求见，已在殿前候着。”瞬间，大殿内又一阵骚动，不仅满朝庆国文武，就连那群康国使臣也同样满面疑惑不解，交头接耳议论不停。长公主殿下也来凉都了？难不成陛下有什么新的诏令？殿下自开府建衙。 已多年未曾插手过朝政大事了，他来做什么？王修何尝不是几分错愕？什么长公主，不就是赵太白那两球货的亲姐姐吗？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一下子震惊当场，如遭雷击。随着外面一声传报，不到片刻功夫，便只见殿门外缓缓走进来一女子，二十五六的年纪，脸蛋圆润白皙，身段风韵而又不显丝毫赘肉。真正匪夷所思的，赫然正是赵兰。只是此时。 却哪还有之前在他王老爷面前那副温婉如邻家姐姐的模样？这一身淡黄锦衣，正面带金丝牡丹凤凰纹换花图案，领口绣黑色蛟龙，腰系流苏，头戴耀目玉珠。这一身规制极高的朝服，无疑不再彰显着无与伦比的尊贵身份。除此之外，身后还紧跟着四名身着康国制式盔甲的侍卫，只是腰间佩刀自然早在进宫前便被解下。走得很慢，不急不缓，圆润明艳的脸上。 沉静的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可浑身上下举手投足间那一片身居高位的威严气势，竟连他王修瞬间也只感觉一阵令人生畏、不敢直视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呆住了，木头桩子般站在原地，直勾勾望着这个女人，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一瞬间，只感觉大脑嗡嗡的响，心脏更是扑腾扑腾跳的厉害。哪怕多年以后，王老爷再回忆起眼前这一幕。 也只感觉如置身梦幻。卧槽！大爷的！苍天啊！这特么到底都是什么情况？这个莫名其妙就跑来跟自己谈合作、牢牢执掌京城康泰商行的婆娘，摇身一变竟是大康位尊居显、身份那般尊贵的嫡长公主，藏得够深的呢！要知道，自从认识，老子还张嘴闭嘴一口一个大侄女叫着，老子一个屁都不是的精神小伙，还好几次心安理得脑袋枕在人家大腿上，人家按摩头部穴位。 心里还挺美，就前几天晚上在花间居他那住所中，还一副要杀要剐随便的德行，非得跟人家搂搂抱抱的，而且还琢磨着当晚就赖在他房间不走了，而且还头铁叫嚷着，要是能活着回大康，就去找他爹；要是敢不同意，就直接卯上把他爹收拾的服服帖帖。老子这是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了多少次啊！若不是因为此次，老子小命都被庆国女暴君拿捏的死死的，他还要瞒着老子多久？这童童也就罢了。 如此说来，那什么康泰商行大东家赵老哥，还有他那婆娘陈大嫂，不正是当今天子与皇后娘娘？如此说来，去年中秋诗会上，老子是直接跑到皇帝跟前自投罗网去卖诗了，还他妈琢磨着把人家当大肥羊宰割了。不仅如此，从此以后还隔三差五就搂着人家皇帝的肩膀高谈阔论各种国政大事，还张嘴闭嘴那皇帝不地道，老子跟他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好像还当着面就骂了皇帝脑子有病。 还把人家腰间那块鹅蛋大的羊脂玉吊坠给扒了。哦对，记得好像还用巴掌抽过那老哥的后脑勺。老子居然还能好端端的活到现在，没被五马分尸了，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啊！这也难怪，赵太白那狗东西当初从老子这里买了十首诗回京城，半路就被他爹莫名其妙吊在歪脖子树上抽了。这也难怪，第二次又来拿货，五十首诗倒是全部卖出去了。 说好的三七分账，结果会被皇帝扫得干干净净，一文钱没捞着。也难怪当初赵太白一看见老子腰间吊着的那块羊脂玉，会是那副见鬼的表情，然后就好像娇嫩的花朵被捅了般，悲从心来，哭得稀里哗啦。也难怪老子一门心思想着告老还乡，怎么都辞不掉。还有赵太白那狗东西，当初可是拍着胸脯发誓的，那康泰商行大东家绝对不是什么朝廷当官的。嗯，果然不是什么尚书侍郎之类的。 他好像也没骗老子，但这并不妨碍老子如果能活着回去，是肯定要弄死他的。亏得老子还自认为窝在林州，天高皇帝远，安全的很。结果老窝早就被这一大家子端了。这大康王朝的人都这么会玩的吗？套路都这么深的吗？一时间，善善站在原地，额头冷汗已是一颗一颗往外冒。只是不知为何，正正望着这个正缓缓走进来的女子，心中突如其来一阵莫名烦躁。 这时，兵部尚书钱正自是迫不及待，赶紧领着那群康国使臣大步迎上去。毕公毕竟赶紧施礼，朗声：“臣兵部尚书钱正拜见长公主殿下。”可没想到，女子只是摆了摆手，目光径直望向王修。看着他那副呆若木鸡的模样，眼眶微微一红，神色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欲言又止，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最终却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倒是正前方那道屏风之后，响起那女皇帝的声音。 依然不紧不慢，语气淡漠，却又满是令人生畏的帝王威严。朕素有耳闻，康国嫡长公主自幼聪慧，博学多识，一身才学更可与天下大儒李舍人论道而不败。不仅如此，更有一身治国理政的本事。早些年协理康国皇帝陛下处理国政，更胸有丘壑运筹帷幄。甚至有传言，康国能有这些年国力蒸蒸日上，长公主也功不可没。即便是朕，也心生向往。今日一见，只是没想到。 竟还是个十足的美人。顿了顿，却又沉吟道：“可是据朕所知，长公主自开府建衙以来，便不再插手朝政之事了。只是不知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究竟所为何事？难不成长公主也是想要插手两国之间接下来休战谈判之事？”这番话看似平淡，却不可谓不讲究。至少其中以赤裸裸满是挑拨的嫌疑，甚至有些针锋相对。当然，国与国之间交往本就是如此。 可没想到，赵兰倒也不生气，只是温婉一笑，被齿轻启，回康国皇帝陛下的话：“陛下还真说错了，本公主才疏学浅，哪当得起‘博学多才’几个字？我虽舔为康国皇室公主，可终究一女儿身，见识短浅，最大的心思也不过看看书、写写字，在打理打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倒是让人见笑了。乃比得上陛下，纵然女儿身，尚且年纪轻轻，却是雄才伟略，至圣至明。” 堪称这天下百年难得一见的圣主贤君，本公主自是望尘莫及。语气同样平缓，不卑不亢。要说治国理政的本事，倒是内地大康储君远在本公主之上，必为我大康下一代明主。若要说插手两国休战谈判之事，陛下更是折杀本公主了。我朝圣上英明果断，向来用人不疑，而我大康使臣更皆是忠君爱国之能臣，朝廷之股肱。本公主何德何能，敢越俎代庖？ 圆润脸上依然几分浅浅笑容，然而顿了顿，却又淡然沉吟道：“本公主今日前来，只为一件事。伸手一指不远处王修，我朝齐州郡公，乃是我大康百年难遇之名臣，屡建奇功，堪称国之柱石。我朝皇帝陛下说了，王郡公一人可敌我大康十万大军。纵然此番身陷险地，可也还轮到你庆国君臣肆意欺凌侮辱？所以，本公主前来只有一个目的，引我大康齐州郡公。” 完好无损凯旋归朝，当然我也知道，女帝陛下定然会说王俊公并非大康使臣，如何处置自是庆国的权利。笑笑，只是说着说着，脸上已是一片悍然坚毅，声音更以冷凝的出奇。对此，本公主只有一个态度：一字一顿，两国是否休战，要不要接着打，要打多久，全凭王俊公决断。王俊公若一日不平安归朝，我大康哪怕倾全国之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也必与庆国死战到底，这好大的口气！成明殿内顿时又一阵躁动哗然，文武大臣们更愤恨不已，或带着满面轻蔑嘲讽，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毕竟，纵然此番两国交战，庆军于巨羽关大败，彻底失去了战时的主动权，但以康国悬殊不小的财力国力，这位长公主何来的底气，竟敢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无疑，这已是对强大庆国赤裸裸的挑衅恐吓。 更何况，这王修小儿纵然有些本事，纵然屡建奇功，可终究不过一区区郡公而已。康国皇帝即便有爱才之心，不愿损失一朝廷古肱之臣，可与社稷国祚相比，这算得了什么？仅仅为了一人，便赌上国祚与社稷安危，岂不荒唐？一时间，就连那群大康使臣也同样面面相觑，啧舌不已。翠绿屏风后，女皇帝也明显有些错愕讶然，沉默良久，才悠悠开口道。 长公主是在威胁我庆国朝廷，然而赵兰反倒只是温婉笑笑，云淡风轻，背齿轻气，女帝陛下说笑了，本公主虽已几年不再过问朝政之事，却也知道两国本来无论版图、城池、人丁，皆有不小的差距。而庆国自从女帝陛下克继大统，国力更是突飞猛进，颇有气吞山河之态势，已远非大康所能及。纵然如今居雨关一战侥幸获胜。 也还远不足以令庆国大商国本无力再战的地步。本公主这番话自然是不自量力、贻笑大方了。可说着说着，却又话锋一转。但是，也请陛下不要低估了我大康朝廷，我大康铮铮男儿维护一个福社稷之将亲的盖世英雄的决心。还是那句话，拯救我大康万千百姓于水火，复我大康国祚社稷于命悬一线者，不可受人如此欺凌，不可受这般委屈，更不可埋忠骨于他乡。否则。 也难免让我大康无数有志之士寒了心。一字一顿，当然，本公主的态度也正是我大康皇帝陛下的态度。相信女帝陛下也很快便能看见我大康不惜死战的决心。大殿之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突然之间，气氛似乎变得有些压抑沉闷起来。王修站在原地，只讪讪望着前方那个绣黑色蛟龙朝服、气势雍容而又不怒而威的女人，眼皮突突跳的厉害。紧急军情。 前线紧急军情。然而，就在这时，不等有人说话，却只听得大殿之外远处一阵急促大喊声，声音由远及近，似乎带着些许慌张，顿时惹得那熙熙攘攘的庆国大臣们又一阵错愕惊诧，窃窃私语个不停。片刻功夫，便见殿门外跌跌撞撞冲进来一身着盔甲、头戴红绫的庆军将士，从一身风尘仆仆与狼狈，还有气喘吁吁、累得满头大汗的疲惫之色来看，应是刚从前线快马加鞭赶回来的。 神色几分慌张，眨眼便已冲到大殿最前方，单膝跪地，说不出的狼狈，朝着那女皇帝龙椅所在位置一声大呼：“禀陛下，有紧急军情！”紧跟着，迫不及待便从怀里掏出一只蜜蜡蜜蜂,蜂的奏报，双手上托。刚想要说点什么，可扭头一看，旁边不远那群大康使臣，却又赶紧闭上嘴巴。没想到屏风后只传来女皇帝淡然声音：“没关系，说吧。”那将士才大喘几口气，正了正色。 神色慌张，禀陛下，康国人，康国人大军压境了！啊！瞬间四周一片哗然，却见这男子才又赶紧道：“就在前几日，应该是康国朝廷得到什么消息，紧跟着当天，康国皇帝不顾群臣反对，独断专行。听说雷霆大怒下，还当场将两个御史台大臣下了狱。第二天，皇帝便颁布了全新的诏令，诏令说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咱庆国血战到底。” 展开全面反攻，甚至还当场放出话来：两国是否休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全凭齐州郡公定夺。紧随其后，康国不仅当初因丹城之围紧急征召的十万大军，以昼夜兼程紧急开拔虎牢关、居宇关两处战线，各增援了五万大军，而且还将全国大肆征集钱粮，征召兵士，迅速投入前线战事。吞了吞口水，不仅如此，本来因为两国将休战谈判，所以这些天两军只是处于对峙。 然而，就在前天早上，战事又起了。虎牢关前线，康国太子赵成亲自督战，合兵增援的五万新军，共计十二万，已逼近咱虎牢关守军不到十里。那康国太子甚至公然放出话来，说什么齐州郡公若少一根手指头，他赵成就算豁出这条命，舍去楚军之位，也必亲率十余万大军与庆国死战到底。敌军士气高涨，在加人数占优，又有那飞天大囚不停骚扰刺探军情。 大战已是一触即发，虎牢关已危在旦夕。一声大呼：“陛下，若虎牢关失守，咱大梁府必将不保啊！”而且居于关前线，康国不仅夺取了几个月前被咱庆国占领的城池，而且也同样以大军压境，大有全面反攻、直逼我大康腹地之势。然而，那将士稍微平复一些，却又满面急切道：“陛下，除此之外，更有线报传来，早在十余天前，得知康国齐州郡公被俘，南楚。” 区区南方偏于小国，南楚新王朱妙宇竟也紧急征召了五万大军，拜大赵司马舒望归临阵为帅，从东面借到康国临海一带，大军早在几天前便已开拔，欲直逼我庆国东面青州府一带。那南楚国王竟还诏令全国言：康国齐州郡公乃新王夫婿，南楚圣王圣王受辱，便是南楚国体受辱。除此之外，西面紧邻草原夏国的赵州郡一带。 就这几日，突然出现了一支约一万五千人的精锐骑兵，人数不多，可个个皆是骁勇善战之辈，尤其擅长途奔袭、伏击战，不带任何辎重粮草，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根本做不出防备。短短两三日，已连续偷袭了赵州郡好几处驻军大营，放火烧了好几处粮草重地，损失惨重。据查明，正是康国当初针对夏国草原闪电战的那支精锐骑兵，挂帅者。 也正是康国皇室三公主景阳公主，前线吃紧，上将军责令卑职，恳请陛下速做决断。虎牢关居与关两地，需速速派兵增援啊！寂静，刹那间，偌大的成名殿内陷入一片死寂，再没人说话。那满朝庆国文武大臣，哪还有刚才那趾高气扬的傲慢之态？一个个面面相觑，已是满脸惊骇错愕。如何想得到？才短短数日，前线形势。 竟又已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巨变，又如何料得到？只为了一个区区郡公，康国皇帝竟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决断来，几乎已算是赌上江山社稷，倾举国之力，不惜与庆国拼死一战。更重要的，在场皆是庆国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又如何不清楚？纵然论版图、人丁、国力，康国都比起庆国相差甚远，可如今大兵压境，就连南方偏于小国南楚也挥兵北上，在加西面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骑兵侵扰，几线作战下。 打到最后，谁胜谁败，恐怕还真难说了。攻守一行之下，至少虎牢关,关、居玉关已彻底丧失了战事主动权，反倒一下子令庆国变得进退两难了。那灭绝师太李清，还有那脾气有点小暴躁的魁梧老将军，脸色也顿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一时间，一直默不作声的王修，又何尝不是满面骇然、惊骇得无以复加？哎呦，卧槽！这下子闹大发了呀！赵老哥，那景龙皇帝。 竟还真为了老子一条小命，劳师动众、大兵压境了。皇帝诏令都颁布了，君无戏言。这架势，女暴君要是再敢琢磨砍老子脑袋，是真要跟如此强大的庆国你死我活搞一场啊！没看出来，那鸽子隔三差五在老子府上喝酒，随时一副黑着脸、三脚踹不出个屁的闷葫芦德行，居然还有点血性啊！还有朱妙雨那婆娘，南楚自身都已够贫苦积弱了，都已成了大康的国中国了，居然也调出了五万大军。南楚的情况。 他王老爷再清楚不过，这五万大军已经算是清举国精锐了吧？那婆娘别看性子刚烈，还动不动就喜欢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来给老子心里添堵，可有时候还让人挺感动的。算算时间，他也应该快要回林州了吧？无以为报，看来等到老子若平安回了大康，还得再辛苦努力一点，加班加点多干点活，争取早点让南楚立下储君，朝政才能更加稳定。唯独赵太白那两球货，脑子有毛病啊！ 当初不就是因为自己太废物，一个虎牢关都守不住，才导致老子为了救他，结果把自己栽进来了。眼下天晴了，雨停了，他觉得自己又行了，亲率大军压境，武力威慑庆国，气势倒是拿出来了。可蛇楚君之位的口号是随便可以乱嚷嚷的吗？呃，还有那什么景阳公主率领精锐骑兵，本来在草原夏国打得正如鱼得水，吭哧吭哧正得劲，居然也直接从夏国奔袭庆国了。 虽然只区区一万多骑兵，可本就是大康精挑细选的精锐骑兵，而且经过草原上一场场闪电偷袭战，战术战法经验更早已淬炼的炉火纯青。敌进我退，敌退我打，长途奔袭，神出鬼没，也够庆国赵州郡一带的驻军喝一大壶了。那娘们不仅有勇冠三军的统帅之才，居然脾气也不是一般的暴啊！人家虎牢关,关、居庸关还只是大兵压境，武力威慑，他倒好，闷头闷脑直接开搞，素不相识。 却这份恩情，有朝一日若去了大康京城，也非得拎两瓶花露水去登门感谢一番、啊、唯独长公主赵兰，婀娜款款站在原地，神色依然平静，不怒不喜。时间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却听得人群中一声冷哼：“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倒是总算打破平静。作为强大庆国的文臣武将，从来都是庆国大兵压境威慑他国，何曾被他国武力威慑过？一个个更恼羞悲愤的厉害。 阴沉着脸，谩骂声、呵斥声不绝于耳，真是岂有此理！那康国皇帝还真以为我庆国好欺负的吗？就算那康国居羽官打了胜仗，可难道他们真以为我庆国便可任他宰割了？不自量力！不自量力！更好几个武将，包括那暴躁老将军，首当其冲站了出来：“陛下，前线吃紧，康国又如此咄咄逼人，我庆国断然没有就此退缩的道理，还请陛下速下决断，征集粮草。” 调拨各地驻军前往虎牢关、居庸关增援，当然也不少人持反对意见。陛下，臣反对。纵然咱庆国有丝毫不惧康国的实力，可如今主动权已失，再打下去，终究两败俱伤，伤筋动骨，危及国本啊！甚至最后难免百姓流离失所，生了民变，危及社稷安危啊！还望陛下以百姓为重，以社稷为重，切莫意气用事，最终酿成大祸呀、啊！顿时，大殿之中。 更一下子热闹起来，然而也不知过了多久，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在场所有人愣住了。只听得那道翠绿屏风后，终于再次传来女皇帝的声音：“罢了，还打什么打？再打下去，也终究是两国百姓受难。你只吧，这兵部尚书李清，为谈判正使，即日起全面主持与康国众使臣的休战谈判事宜，缔结合约，签订国书，保庆国与康国和睦有邻，不再起刀兵。令康国诸位使臣远道而来。” 不辞辛劳，风尘仆仆，为彰我庆国朝廷礼仪与气度，自不可怠慢了。这红胪寺，今晚宫中设宴款待诸位使臣。声音依然不急不缓，极具帝王威严。另外，康国齐州郡公王修，既与我庆国永宁郡主缔结婚约，自为我庆国郡马，同时受封永宁郡马，为我庆国国子监博士之称。虽仅为一个称谓，并无实职，却也算是朕从此愿与康国永结睦邻友好，百年不再起刀兵之决心与诚意。 顿了顿，又缓缓沉吟道：“退朝吧，还请诸位康国来使先行延吉宫安顿歇息。另外，还请永宁郡马随朕一驾，清泉剑一叙。”成明殿内又一片躁动哗然，文臣武将们或扼腕顿足，或面色不甘，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奈何女皇帝旨意已定，忌惮天子威严，倒也再没人胆敢站出来说些什么。王修又何尝不是错愕万分，站在原地，脑袋有些犯懵。可紧跟着， 倒是一下子乐了，哟呵！两个大国之间这场声势浩大、关乎存亡的战事就这样彻底落下帷幕，盖棺定论了。本郡公这颗脑袋虚惊一场，也终究算是彻底保住了。不得不说，这已算是最好的结局。毕竟，纵然眼下大康大兵压境，武力威慑已占据着主导权，可面对如此强大的庆国，打到最后也无非是耗尽国本，两败俱伤而已。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烽烟四起。 只唯独被女暴君算计了一道，当了次俘虏，反倒莫名其妙成了庆国的骏马，实在有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倒是那什么国子监博士，尽管从未听过这样一个官职，倒也隐约能猜到，应该算是庆国国子监官学中对博学多才之人的一种称谓而已，或许还能有点兴奋补贴。可说到底，更多无非是一种荣誉。女暴君之所以如此，或许也只是给他王老爷在庆国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吧。如此一来。 他与李乐瑶那小妞的婚事，才终究显得名正言顺了不少。无论朝廷或齐王府，才不至于受人诟病。果然，不愧是虎狼庆国的一代圣主，大姨姐想的还挺周到。只是突然心中有些好笑，果然再一次印证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终究还是看谁的权硬而已。这段时间本就心里悬吊吊的，又憋着一肚子窝火，这小暴脾气哪能错过这大好的落井下石机会？本还想跳出来，小人得志，张牙舞爪。 朝着这满朝庆国君臣叫嚷两句，诸如“别怂啊，继续打呀”，不是决意要砍老子脑袋吗？快来砍嘛，英雄也算出口恶气。然而看着旁边李乐瑶那一副紧绷的神经，虽总算松懈下来，却又依然患得患失，有点不知所措的蠢萌模样，又活生生将话咽了回去。最主要的还是觉得这样实在有点太贱兮兮的了。哎，这小妞瞧瞧干的都是些什么事？这一下好了，朝堂上这么一闹，声誉名节全搭进来了。 魂石算是板上钉钉了，没回旋余地了。老子倒是无所谓，反正好几个媳妇了，一头羊一群羊都是放。可关键他自己呢？这么娇滴滴一个庆国皇室郡主，只能跟老子跑去林州过苦日子了，背井离乡，哭都没地方哭。倒是那女暴君，两国战事都已盖棺定论了，又莫名其妙叫老子去清泉剑干什么？随着一声唱喊，退朝。翠绿屏风旁候着那白发老太监以及几个宫娥，缓缓离去。 无疑，女暴君也从后面离开了成明殿。紧跟着，倒是有一小太监径直走了过来，做了个请的手势。圣上说：“请王俊公卿全剑一叙，还请随咱家前来。”随即便在前面带路。王修略微沉思，也只得跟上。清泉剑自然正是当初刚被带到凉都来，第二天一早便被叫来皇宫面圣。女暴君闲暇,暇之余，短暂休息或看书消遣所用那一座殿落别院，已算故地重游。在那小太监引路下。 再次穿过那几重守卫森严的拱门，到达最里面一座内殿，却不由得一愣。只见檀木坐梁地铺，白玉金碧辉煌的内殿中，女皇帝自然已先一步到达。正前方中央那道如烟纱般的垂帘后，若隐若现一道曼妙婀娜的身影，虽依然看不清面容，可隐约可见头戴帝王冠旒。就这么端坐榻前，哪怕隔着帘纱，也总感觉一股强大气场扑面而来。唯独意外的，殿内御前伺候的宫女太监。 居然也与上次前来时如出一辙，早已被女皇帝吩咐退了出去。偌大的殿内只剩下两人，倒让王修心中又一阵腹诽：这女皇帝胆子倒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这孤男寡女的大姨姐与妹夫共处一室，就不怕老子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来？然而，正当他眼珠子还在到处张望，却只听得连杀后女皇帝声音传来：“王俊公不必东张西望了。实不相瞒，就连上次藏在暗处的禁卫也被镇职出去了。” 这一次，就算王俊公再次生了念头，趁此机会一不做二不休，将朕挟,挟持，以逼迫我庆国朝廷在接下来的休战谈判中妥协让步。朕一个女儿身，自然也不会是王俊公的对手。王修顿时老脸微微一红，有些吃瘪。这女暴君就是这一点，实在有点可怕，好像随时都能把老子看得透透的。尽管如此，倒是大咧咧、气定神闲，一屁股在跟前一张椅子上坐下，索性翘着二郎腿。 几分玩味，讪讪望着前方纱帘后那道曼妙朦胧身影，虽依然捉摸不透女暴君莫名其妙叫自己前来究竟所为何事，可也绝不会相信堂堂帝王只是因为快成亲戚了，大姨姐想趁机跟老子加深一下感情而已。这个女皇帝实在非同寻常，不简单，与之打交道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可没想到女皇帝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再没说话，一时间反倒让殿内陷入一片安静，气氛总显得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然而不知为何，刹那间，王秀心中却猛的一个机灵。至少从当初翠屏山下被摆一道，被活捉到大梁府中军大帐，再辗转到了这庆国京师梁都，再一直到现在，这女皇帝就处处透着怪异，总令人捉摸不透。别说一番算计，居宇关一战令庆军大败，彻底扭转了两国战局，落在庆国人手里，已经足以让老子脑袋掉一百遍了。仅仅是那篇言辞如刀、洋洋洒洒的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 还有中军大帐中，气急败坏，将这婆娘劈头盖脸“臭婆娘、死三八”一番臭骂。别说是如此强大的庆国一代帝王，哪怕换作一寻常女子，谁能忍受这般奇耻大辱？还能让老子好端端活到现在？况且据赵太白那两球货所言，这庆国女帝可绝对是个独断专权、手段强硬的角色。仅凭当初在中军大帐轻描淡写一句“你们是要逼宫吗”，便吓得那一帮重臣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往外滚。 就可见一斑。可就算这女暴君心里实在足够扭曲，毕竟身为帝王，手握万千人生杀大权，高处不胜寒，有点什么变态恶趣味还是很合理的。实在觉得直接砍了老子的脑袋根本不过瘾，可偏偏又好吃好喝供着。哪怕到了梁都，不但不立马将老子打入大牢，再隔三差五跑来用蜡烛鞭子折磨一番，以此满足一下扭曲的内心，反倒还将自己的一座宅子给老子住着，好吃好喝供着。陡然想起。 刚到凉都，太监高远说过一句话：“那宅子因为幽静别致，连圣上都喜欢的很。去年还曾过来小住了两天。”还有，之前纵然决意要砍老子脑袋，可为何偏偏非得等到十天后？还有刚才朝堂上，前线紧急军情传来，大康大军压境，武力威慑，南楚也已挥兵北上，前线局势岌岌,岌可危，满朝文武皆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可唯独这婆娘，虽在屏风后看不清样子，却似乎总表现的说不出的平静。难不成？ 从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老子的命。哪怕当初在京城大肆造势，闹得人尽皆知，说到底，根本就是想借此看一看大康朝廷与景隆皇帝到底对此什么态度。关键，这对庆国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而且也不应该啊！老子跟他非亲非故，之前连面都没见过，一个庆国皇帝，一个大康小憨子，更别提会有啥过往渊源。难道根本与李乐瑶那小妞几分相似？ 从李达那死老头口中了解到了老子在大康的各种骚气风采，就对老子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暗恋上本郡公了，打起了歪心思，惦记起了老子的身子。可也不对啊，堂堂女帝终究不是李乐瑶那种心思单纯的傻妞，又怎会仅仅因为老子会写两首好诗，会搞花露水、面膜膏，便开始少女思春？然而，正当他王老爷脑袋运转的飞快，却只听得连杀后女帝一如既往淡然不惊的声音传来。王俊公皱着眉头，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怎么，从翠屏山下掉入朕的圈套中，能活到现在，反倒安全自由了？是在心中怀疑朕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杀你，甚至心中腹诽是不是因为朕喜欢上了你？王修嘴角一抽，脸色发绿，看嘛，这女皇帝就是这么可怕，跟老子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然而，女皇帝又轻盈道：“你还真想错了，纵然不得不承认，王俊公一表人才。” 而且才华横溢，更是个有趣的妙人，倒也颇招女孩子喜欢。但是朕为一国天子，还不至于嫁一个已经娶妻生子的男人吧？之所以决定过些时日再杀你，难道王俊公没听说，等待死亡比死亡更可怕吗？朕就是想看着堂堂康国的郡公，成天活在惶恐之中是个什么样子，也更好奇。以王俊公的脾气，实在忍受不了等待死亡的煎熬，为了苟且活下去，会不会来朕跟前求饶？你刚才还真猜对了。 朕还真有些非同寻常的恶趣味。若能看见名动天下的康国齐州郡公为了活命，趴在朕面前瑟瑟发抖、哀嚎求饶，岂不更有成就感？当然，你求饶也是没用的。没办法，朕虽为天子，更是女子。女人记仇起来很可怕的。奇怪的是，语气似乎总带着些打趣味道。只唯独没料到，王俊公在康国皇室眼里分量倒还真不一般。不但当朝嫡长公主如此身份尊贵，却不惜以身涉险。 独闯我庆国朝堂，只为保你一条命，就连皇帝也不惜赌上江山社稷，竟敢对庆国武力威慑。哦，还有那南楚国王朱妙宇，竟也是个痴情的女子。一声轻叹，所以朕现在最后悔的，便是当初大梁府中军大帐中没直接砍了你的脑袋，结果导致现在为了两国休战和平，不得不放虎归山。以后要想再取你性命，可就难了。短暂沉默，又悠悠道：“哦，对了。” 朕还更有些小瞧了王俊公的魅力，没想到这才到了凉都几天时间，王俊公便将我庆国的堂堂皇室郡主给迷得神魂颠倒，连婚书都签了。为保你一命，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竟不惜自损清白与名节，甚至冒着将齐王府都牵扯进来的风险，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妹子。王修，恭喜你了！与永宁郡主大婚后，你便可以平安回去了。王修有些尴尬，却也只是玩味笑笑。这次侥幸再凉都没死掉。 倒是让女帝陛下失望了，可难道陛下专门召本郡公前来，只为表达一番悔意，感叹没早点砍了我的脑袋？没想到女帝却一声反问：“有何不可吗？”朕知道王郡公现在心中很得意，刚才退朝之时，没小人得志的朝朕嚷嚷两句。女暴君不是决意要砍我脑袋吗？现在来砍吗？已经算是克制了。但是朕只想说，王郡公也不必得意的太早。王郡公自脑疾痊愈，短短不到一年。 便为康国立下如此多大功，此番居与关一战，说是为康国续命百年也不为过。归朝之后，必然民心齐高。可王俊公就没想过，得太多民心，往往最致命吗？即便眼下朕是看出来了，王俊公不但与康国太子亲如兄弟，嫡长公主更是舍命相护，在皇帝心中的分量更非同一般。但是王俊公的性格虽一向谨小慎微，可偏偏有时候却又极其容易意气用事。而帝王心思最难测。 若是一时冲动触碰到皇权逆鳞，必惹来大祸。到时候恐怕根本不用朕来动手了。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有几个落得好下场？王修总算坐直身子，几分讥诮，是吗？调侃，可怎么觉得陛下这番话不像幸灾乐祸，更像是在警醒本郡公什么？有吗？然而女皇帝只是浅笑出声。若王郡公非得如此理解，倒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你不仅是康国之臣。 也是我庆国的骏马，你若是人头掉得太快，永宁那丫头岂不是年纪轻轻便守了寡？又一声轻叹，行了，朕能与你说的也就这些了。骏马大婚那日，朕便不来道贺了。另外，梁都那套宅子，骏马便放心住着吧，朕赠与你了。地契房契，朕刚也已差人送了过去，免得骏马日后与永宁郡主若有机会回梁都省亲，连个额外的住处都没有。王修玩味笑笑，自然再没说话。 起身便朝殿外走去，可没想到刚走两步，却又只听得身后一声轻呼：“王修。”不知为何，与刚才的平淡却极具威严截然不同，声音似乎隐约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孤寂。王修转过头来，一阵诧异愕然，却奈何连杀后那道曼妙朦胧身影似乎欲言又止，陷入沉默，反倒让他一阵莫名其妙。殿内的气氛都显得有些怪异。不知多久，才又听得女皇帝悠悠一声轻叹。 令人诧异的，似乎哭了，声音哽咽，苍凉至极。朕知道，从当初到了大梁府镇的中军大帐，你就一直在心中腹诽，朕是不是长得头大如牛，蓬头利齿，甚至丑得无法见人？你想看一看朕的模样吗？王修皱着眉头，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女皇帝又幽怨沉吟道：“记得当初，同样中军大帐中，朕第一次见你，你那么狠的骂朕，什么死八婆、女魔鬼，什么从小缺钙、长大缺爱，还内分泌严重失调的母夜叉。” 这番骂人的言语听着倒是新奇的很。记得你说也曾用这些恶毒的话语骂过其他哪位女子？如果没猜错的话，她必定很惹你讨厌，也让你恨得刻骨铭心吧？短暂沉默，你似乎是鼓足着莫大的勇气。其实朕挺好奇，那个女子，你还恨她吗？王修依然一头雾水，满脸茫然。这女皇帝有点毛病吧？这些事老子跟你说得着吗？好歹堂堂一国天子，这么八卦的吗？尽管如此。 只是讥诮笑笑，可没想到，不等他说话，却听得女皇帝悠悠一声叹息：“朕知道答案了。其实好像也已经不重要了。”顿了顿，又小声沉吟道：“其实刚才你没有猜错，从一开始，朕就没想过要取你性命。”不知为何，声音更已变得说不出的悲凉落寞。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之所以对康国发动这场战事，除了因为朕乃是庆国皇帝，为了朕的臣民，为了社稷百姓，开疆拓土，造一个盛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可造化弄人，最终只落得这样一个结局。王修眉头紧皱，没说话，沉默良久，才听得连杀后又哽咽呢喃道：“王修，如果朕说，哪怕这全天下的人都想伤你、害你，也唯独只有朕只想你好好活着，你信吗？别问我为什么，或许因为在这世上，我们是一类人吧。你身为康国林州判司，心中装着林州百姓的疾苦；朕身为庆国天子。” 又何尝不是见过太多太多庆国百姓的苦难？短暂沉默。齐王李达那天拿着你与永宁郡主的婚书来找朕，替你求情。朕训斥了他一顿，并勒令他这几日闭门反思。想必现在刚才朝堂发生的事已经传到王府了，齐王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婚典事宜了。王秀，你答应我，回到康国之后一定要好好的。你虽向来行事谨慎，却又极容易脑袋犯浑，而且太容易意气用事，朝堂为官。 特别身居高位，相伴天子，这都是你致命的弱点。以后做事定要三思而后行，知道了吗？还有永宁那丫头，虽贵为郡主，却其实挺可怜的。打小就没了爹娘，也没什么能交心的朋友，又心思单纯。朕这妹子性子倔，认准了一个人便是一辈子。朕知道你并不喜于她，哪怕那婚书都还是齐王花费心思逼迫你签下的。而如今就要随你去康国生活。 异国他乡，远离故土，好好待他。悠然一声浅笑，奈何似乎笑得几近悲凉。另外，你离开梁都的时候，就别来宫中道别了。还有，去年林州中秋诗会，你写的那些诗，朕都看了。臭不要，写的真的挺好，连朕也看得如痴如醉。声音怆然，已是沙哑的含糊不清。只是此次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或许此生，你我再也见不着了。你出去吧，朕有些乏了。于是刹那。 王修便彻底愣住了，木头桩子般站在原地，眼珠子滚圆，死死瞪着连杀后那曼妙身影，更惊诧的无以复加。这到底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可不知为何，心里总感觉有点莫名的乱糟糟的。尽管如此，既然人家都已下了逐客令，也只得老老实实转身离开。走出店门，那小太监自然还在外面老老实实候着，自是迎上来，恭敬行了一礼，随即便前头带路，领他出皇宫。倒是这一路上。 王老爷依然只感觉脑袋浑浑噩噩，一头雾水，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刚才清泉剑中到底什么个情况。好端端的那女暴君咋个像变了个人，搞得好像老子啥时候把她骗财又骗色了似的？难不成还真是因为读了老子的诗，或者从李达那死老头的口中听闻了老子在林州的风骚事迹，就彻底被老子的骚气给折服了，小芳心荡漾了？可这是不是也太荒唐了一点？要换做别人，老子还勉强能信。 可这堂堂虎狼庆国的皇帝，手握万千人生杀大权的九五之尊，是有大格局的，岂会是那种懵懂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又或者根本就是变态恶趣味犯了，又想故意玩点新鲜花样，从老子身上找点乐子？然而漆黑着脸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也只得悻悻作罢。管球的几经波折，这条小命算是暂时保住了，又可以继续浪了。然而刚走出宫门，却不由得神色一致。只见李乐瑶那小妞。 此刻正俏生生站在前方，牵着一匹枣红色大马，小手还紧紧攥着马鞭，依然刚才朝堂上那副雕花镜装短衫打扮，几分刁蛮任性俏模样。明显根本就是刚才一退朝离开成名殿，便直接来这里等着了。粉嘟嘟的脸上说不出的担忧焦虑，又带着些患得患失的紧张。眼见他王老爷平安出来，瞬间面色一喜，条件反射便要大步朝他迎上来，可没想到。 刚走两步，却又猛地停住脚步，神色一暗，说不出幽怨委屈，可怜巴巴望他一眼，也不知是不是陡然想起那天大街上被他凶巴巴一顿训，眼眶猛地一红，鼓着腮帮，气呼呼憋出一句：“本郡主发过誓的，以后再也不会理你的。”竟是身形矫健，一个翻身便跳上了马背，眨眼间便朝前方疾驰而去。只看到王老爷眼睛都直了，直愣愣望着这妹子跑远的方向，硬是哭笑不得，倒是紧跟着。 却听得身后一声娇笑，活该遭人白眼！瞧瞧上次把人家小姑娘的心伤的，眼泪汪汪的，转过头神色又猛地一愣。只见长公主赵兰正婀娜款款站在前方不远，笑盈盈望着他。同样是刚才成名殿时所见那一身绣黑色蛟龙、金色锦袍，头戴耀目明玉珠，浑身上下那皇室嫡长公主的高贵与雍容华贵气质油然而出，搭配那圆润白皙的脸蛋，更那般光彩照人。 宛若众星邀月，令人心生敬畏，不敢直视。道士并没有领着随身侍卫，身后只跟着一个身穿翠绿长裙的俊俏丫鬟。这丫鬟，他王修倒也认识，那天晚上在花间居曾见过，名为翠莲。两人目光对视，王修眼皮突突跳动的厉害。说实话，从刚才成明殿内亲眼所见，这个女人身着一身嫡长公主王袍，一步一步踏入殿前，直到现在，脑袋都还在嗡嗡的响，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这个曾经三番五次被老子枕在那弹性十足的大腿上，给老子按摩头部穴位，还被老子呼来喝去的女人，怎就摇身一变成了大康身份那般无与伦比尊贵的嫡长公主？包括那晚在花间居，还被老子一顿撒泼耍赖，搂也搂了，抱也抱了，阮香在怀，手感极佳，实在令人欲罢不能。老子这是做了多大的妖啊！歪心思居然都打到了皇室嫡生公主头上了。尽管如此，也只得讪讪走过去，走到女人跟前。 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憋了半晌，也不知是不是脑子犯抽，憋出一句：“见过长公主殿下。”可没想到，话音未落，这女人却是脸色猛的一变，一下子怒了，一声娇斥：“闭嘴！”也不知为何，向来那般雍容而又端庄，可刹那间却是说不出的恼羞交加，面含韵色，竟是气得娇躯都不停发抖。“你胡乱叫什么？几天没见，又欠收拾了是不是？你再叫一声长公主殿下，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他人皆可尊称姐一声殿下，唯独你不可以，你懂吗？气急败坏骂着骂着，情绪几分失控下，小手更杀气腾腾，便揪在他腰间软肉上，凶巴巴瞪着他，想找死是不是？故意惹姐生气是不是？四瞬间腰间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硬是让他王老爷额头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疼得龇牙咧嘴个不停，更是气得够呛，破口大骂：“姓赵的，你疯了！快松开老子！” 发神经啊！动不动就掐人。然而正骂得起劲，却又听得扑哧一声娇笑。抬起头，却见这女人似乎总算心满意足了。看着她那惨绿着脸、几分狼狈的模样，面含浅笑，依然几分恼羞，咬牙切齿：“活该！谁让你一出来就故意说话惹姐生气的？以后再敢乱叫，就不是今天这么轻松了。”王修印堂漆黑，不想说话，可没料到。 紧跟着，却见这女人又没好气朝他一瞪眼，清脆：“怎么，还不服气了？”只是目光已柔和了太多，微微上前一步，那般温柔替他理了理额前几根凌乱发丝，似乎几分疼惜。傻子，我知道你心中委屈，别怪姐故意隐瞒身份。其实一开始，麦莉瞪着自行车的滑稽模样与太子打打闹闹，觉得有趣；再后来，姐更害怕，若你知晓了姐的身份，会心中芥蒂。贝齿轻启，但是你记住了。 我是大康长公主也好，康泰商行的执事也好，不重要。对了，姐在这等你，只是跟你说一声。如今你既然已平安无事了，姐留在这凉都自然也再没什么意义。接下来的休战谈判自有大康使臣，姐也不会插手。所以明天姐便先启程回大康了。到时候姐在京城等你平安回来。峨眉轻皱，却又一阵呢喃。不过话说回来，姐虽然不知刚才那女皇帝叫你过去一叙，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但至少刚才在成名殿，或许同为女人的缘故吧，姐明显感觉得到，她对你似乎并没有敌意，甚至在得知前线军情，咱大康大兵压境之时，她的反应太平静了。姐甚至感觉她根本就是在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她只是在等待咱大康朝廷的一个态度。王修嘴角一抽，有点不明所以，可刹那间心中猛的一个机灵，身体都忍不住一个踉跄，脸色更唰的一下变了，猛地转过头来，双目圆瞪，死死望着跟前。 这一座屹立于北方庆国的巍峨皇城，呆若木鸡，额头汗水更是一颗一颗往外滚落下来，似乎心脏都扑腾扑腾跳得快蹦出嗓子眼，脑瓜子都嗡嗡作响，喉咙一声惊呼：“卧槽，不可能吧？疯了，这世界疯了！之前老子咋就没想到，很可能是这样。如果真是如此，一切都合理了。额的个娘耶，见鬼了，见鬼了！”倒是赵兰一阵惊诧错愕。 搞不清楚这家伙为何好端端的突然变成眼前这副一惊一乍模样。不知过了多久，却见这家伙似乎才总算稍微平复一点，抬头望着他，眼皮突突跳的厉害，半天才有些惊魂未定，憋出一句：“兰姐，帮我做件事，帮我查一查那李青梅的信息，所有的。”吞了吞口水，声音都有些发抖。从出生到现在，小到生活习性、脾气秉性，甚至说过的话，大到自登基为帝以来推动的所有变革举措，越详细越好。 越快越好，依然一副如遭雷击的模样，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却再没说话，只是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讪讪便朝前方走去。于是乎，赵兰更加诧异了几分，担忧紧张，出什么事了吗？却奈何这家伙只是摆了摆手，呢喃似是故人来。长公主赵兰站在原地，依然满面诧异不解。倒是身后丫鬟翠莲再忍不住了，捂着小嘴一声娇笑：“王俊公果然是个有趣至极的人。” 怪不得能让殿下每次都这样魂不守舍的挂念着，可没想到赵兰却是神色一暗，依然只是眼波盈盈望着那个男人走远的背影，可不知为何，目光竟已变得说不出的怆然失落，哪还有刚才破口大骂时那气势汹汹模样？半晌，才悠悠一声轻叹：“很有趣吗？”声音沙哑落寞。或许因为我的欺骗隐瞒，或许因为我皇室嫡长公主的身份，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只是他本能的，终究还是与我。 已经渐渐变得疏远而又陌生了，至少，或许从此以后，我在他心中再也不是那个可以毫无保留的交心、可以大咧咧毫无防备的人了。苦涩笑笑，翠莲，其实你不了解他。刚才成明殿上，我以大康长公主的身份进殿，站在他面前，有那么一刹那，我总感觉他看我的眼神好陌生。还有，他有时候耍起魂，耍起无赖来，真让我拿他没办法。要换做以往，他今天必定像个泼皮无赖一样。 死缠烂打，也非得跟我回花间居，然后晚上就赖在那不走了。可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他刚才竟终于叫了我一声兰姐。其实你不知道，他以前从来不会这般叫我的。一时间，竟是再也说不下去了。不知不觉，眼眶之中已是晶莹泪花在不停闪烁，无语凝噎，几分怆然。这呆子。而此时，大街上王老爷却是气急败坏的厉害，惨绿着脸，一边大步向前走着。 不时扭头，杀气腾腾，瞪着身后两个牛高马大的货，破口大骂个不停。完了，你俩完了，职业生涯就这么完蛋了。跟你们打听，皇帝平常喜欢吃什么，脾气怎么样？你们嘴巴闭得严实。跟你们打听，皇帝平常爱不爱写诗，都写过些什么诗？你们也不说。就连你们皇帝以前喜不喜欢爬树掏鸟窝，或者蹲在墙角玩泥巴，你们还是不说。情绪激动，吹胡子瞪眼，还亏得你们是皇帝身边近卫，一问三不知。 就你们这样的东西，换做在林州老子的地盘上，早弄死你们了。哦，也别说在林州了，还不知道吧？老子马上就是你们庆国的永宁郡马了。郡主的脾气，你们应该清楚吧？回头老子吹吹枕边风，就让他把你们的脑袋都砍了。牙根咬得咯咯直响。本来还打算看在你们这些日子成天跟着保护老子安全辛苦了，而且这一把年纪了，媳妇都还没有。离开之前，请你们去梁都最好的花楼潇洒潇洒，叫两个最漂亮的姑娘。 帮你们把婚开了，领略一下人间美好。得，现在看来，别想了，门都没有。却奈何，任凭他暴跳如雷，骂得起劲，这两个憨货就是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一声不吭。半晌，倒是武三实在憋不住了，老脸涨得一片通红。其实，其实我们不当值的时候，也经常去花楼的，也没你说的那么美好。特别每次，每次办完事出来，就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又累又无趣，钱花的不值。武四一本正经。 郡马爷也别吓唬我们，郡主殿下说了，他发过誓，以后再也不会理你的。刚才皇宫门口，我们都看见了。咦？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崩溃了，后槽牙一阵钻心的疼，嘴角直抽搐，一点都不想再搭理这两个东西了。然而刚转过头，却不由得又神情一滞，只见前方正站着一女子，竟然正是唐娇那小妞，一袭浅蓝色绣兰花纹轻纱长裙，包裹着那凹凸有致、惹火至极的身段。 精致迷人的脸蛋，以及那双火辣大长腿，说不出的诱人。腰间挎着那柄长剑，又带着几分飒爽英气。就这么俏生生站在那里，大街上人来人往中，竟是说不出的娇艳动人。目光盈盈望着他，嘴角泛起几分浅浅笑容。王修顿时一阵疑惑，不知这妹子怎么跑来了。而这时，这小妞却是盈盈便奔了过来，走到他跟前，却又似乎几分害怕被他责骂的模样，微微垂着脑袋，被齿轻起。 刚才庆国皇宫差人送来了那宅子的地契、房契，还有很多新的物事用度。朝会上发生的事我也听说了。压低声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特别特别想你，忍不住，所以就来寻你了。瞬间，王老爷惊得一个踉跄，望着这小妞，眼珠子瞪得滚圆，倒是一阵好笑。自从当初治好了他哥的那玩意，表皮过长的顽疾，这妹儿莫名其妙羞答答的，又是送定情香囊，又是送滋补汤的，一直到现在，两人几乎算是天天待在一起。 想个毛线啊！近乎本能，本想调侃打趣他两句，可不知为何，看着他那副傻萌傻萌模样，反倒心中一阵莫名酸楚。说实话，自从当初翠屏山下被那女暴君摆了一道，这傻妞因为担忧老子的安全，还非得主动凑上来，身陷险境。直到现在，就从来没见他脸上露出过笑容。虽嘴上不说，却从来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焦虑紧张模样，人都憔悴了不少。直到现在，得知老子一条小命总算保住了。 紧绷的神经才总算松懈下来了吧？可没想到，这小妞脸蛋却又瞬间一红，垂着脑袋，一副羞答答模样，音若蚊虫。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这个，爹爹还托兵部尚书钱大人给我带了封信。王老爷有点懵：“你爹带信就带信呗，你在这羞答答的红着个脸是几个意思？”啊？然而，不等他满心疑惑询问两句，接下来这小妞一番话却让他一下子呆住了。只见这妹儿。 却哪还有当初气势汹汹从京城跑来找他兴师问罪，叫嚷着要为兄长讨个公道时那副盛气凌人、彪悍模样？小脑袋垂得更低了，那绝美脸蛋更是涨红得如熟透的苹果，硬是支支吾吾了半天，才音若蚊虫沉吟道：“爹爹说，他说，虽然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又是祸害我兄长，又是谎话连篇把我骗得团团转的，让我们唐家颜面尽失，此乃势不两立的大仇。但是看在你救了我哥一命的份上。” 虽然他依然心中愤恨，怒气不消，而且看你看你也很不顺眼，可最终他还是决定忍气吞声原谅你了。王老爷嘴角一抽，眼睛瞪得老大。然而，却见这小妞又小声道：“不仅如此，爹爹还说了，上次在林州，我给他写的信，他看了。虽然他很不喜欢你，一提起你的名字就怒火冲天，恨得牙痒痒，但既然我我决意这辈子非你不嫁，再加上这次陪着你几经辗转，也算是同甘共苦了。” 所以，虽然心中一百个不乐意，却还是决定勉为其难同意我们的婚事了。已经着手开始准备我的嫁妆了。而且前些时日，因为担心苏姐姐和郑家妹妹本来又怀着身孕，得知你身陷险境，心中悲痛会酿出大祸。他与户部侍郎郑大人还专门跑了一趟临州，你府上探视劝慰了一番。他让我转告你，两位姐姐妹妹虽然很担心你的安危，但家中一切平安。一时间，声音已微弱的让人有些听不清。所以，等回了大康，你就去我家提亲吧。 以后我天天给你煲你喜欢的汤，天天给你做喜欢吃的话未说完，那叫一个娇羞无限，耳根都已是一片绯红滚烫，垂着头，眼里都快滴出水来，哪还有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的女侠风范？压根都不敢抬起头与她对视。噗！刹那间，王老爷更一个踉跄，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直勾勾望着这小妞，硬是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卧槽，那唐明多少是有点啥病吧？一把年纪的人了。 还是朝廷位高权重的礼部尚书，怎么跟李乐瑶那单纯的小妞一样？当初可是一个劲怂恿着自家黄花大闺女跑来林州府衙，做了老子的随从衙役，搜集老子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还叫嚷着唐家与老子势不两立，必须要在朝堂上扳倒老子。都没来得及搭理他，结果一转眼不但决定原谅老子了，甚至还同意把女儿嫁给老子了。这节奏，这态度转变，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让人完全没法适应啊！ 从当初第一次见面，就总感觉那老头百来斤的身子，九十斤的心眼，很明显，完全有点不对劲啊！可没想到，不等他说点什么，唐娇反倒一下子急了，依然通红着脸蛋，几分恼羞，没好气瞪着他：“你这都什么反应？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说从林州到梁都这一路上辗转，车厢里你老是一个劲往我身上瞄，眼珠子都快挂到我胸口上了，鬼晓得脑子里憋着什么龌龊想法！包括前天晚上，本姑娘喝多了些，你扶我回房。” 我虽有些醉意，但别以为我不记得，你搂着我的时候手就没老实过，都快伸到伸到我，一手叉腰，气呼呼的，还带着一腔醋味。倒是你这花心萝卜，亏得本姑娘天天担心你的安危，害怕那女皇帝真取了你的性命，连晚上睡觉都不踏实。结果你倒好，不声不响，马上就要做庆国的骏马了。咦？于是乎，王老爷眼珠子滚圆，一阵吃瘪，老脸更是涨得一片通红，半晌。 才样样憋出一句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胡乱污人清白？只是此时正正望着眼前这小妞那副眼波流转、娇羞无限却又略带些许醋意的模样，也不由得一阵心神恍惚。看着她那因为长时间神经紧绷都憔悴了不少的脸蛋，却哪还有丝毫迟疑，已顾不得周围还人来人往，顺势已将她轻轻揽在怀里，附下头几乎都快啃着她那滚烫绯红的耳朵，见笑：要不今晚换我喝醉，你扶我回房休息。 瞬间只明显感觉到怀里这柔软娇躯微微一颤，音若蚊虫，嗯，却又紧张兮兮加了一句：“但是，但是成婚之前，你不准对我对我做那事。”王老爷印堂一黑，又是一个踉跄。接下来几天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长公主赵兰自然也在那日庆国朝堂与女皇帝一番言辞犀利对峙之后，第二天中午便在侍卫的护送下启程离开了凉都。王修并没有前去相送。 毕竟，这又终究不是什么生离死别。康庆两国之间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事休战谈判，也终于在两国大臣历经三四天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之后，最终落下帷幕。最终签订了休战协议，互换了国书。虽然这场谈判王修并没有参与，可最终达成一致的条款，倒也多少了解一些。情理之中，却又有些意料之外。大概无非是：其一，这场战事投入的兵力与财力虽然不小。 可双方损失都不小，没有赔款。其次，庆国大军全面退出战事爆发之初所攻陷占领的大康所有城池土地。不仅如此，两国重新划定边境，庆国需归还大康前朝衰地时被占领的十余座城池，其中的三座虽然不多，倒也算是大康此番战事的一大胜利，收复失地了。除此，还包括康国、庆国从此以后永结和平，五十年内不得再起战事。 还有一些针对两国商贾往来的一些细则条款。说白了，从此以后两国商贾往来做生意、互通有无会变得更加顺畅便利一些。这让王修倒是几分意外。所谓永结和平之类的，说到底终究有点虚头巴脑。至少记得三年前两国边境起了战事，虽规模不大，可最后签订的国书中也同样有这些条款。结果呢？才几年时间，不又抓头发撕衣服打起来了，而且还打得更凶。 倒是那加强商贾往来的条款，算是两国之间此番休战和平最大的诚意了。至少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有助于两国关系更稳固一些。以兵部尚书钱正为首的大康使臣，自然也在谈判结束、国书签订的第二天便启程离开。而唐娇那小妞，自然也跟随着使臣队伍回了大康。倒是只剩下他王老爷一人留在了凉都，虽有些百无聊赖，倒也无所谓。只唯独恼火的。 当初托赵兰那婆娘调查女皇帝信息的事，至今也还没个结果，甚至都不知道那婆娘到底会不会给搞忘了。时间转眼已是七月初四，而这一天也正是他王老爷与李乐瑶那小妞既定的大婚庆典之日。庆国永宁郡主将婚配康国齐州郡公，自然早已在梁都传得人尽皆知，轰动的程度甚至一时远超两国刚刚结束的战事。毕竟本国皇室身份高贵的郡主婚配他国之臣。 虽算不得亘古未有，但也绝对算奇闻罕见。更何况，即便这康国郡公已有天子赐封的国子监博士虚职，可终究是两国之间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事导致庆国大败的罪魁祸首，反倒更让这婚事似乎总有些屈辱和亲的味道。因此，据说京城中的儒生世子都不止一次联名上书女帝，表示愤恨。这让王老爷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些成天满嘴之乎者也的穷酸世子，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其实这大婚的日子，当初李达一顿卑鄙无耻的手段，将他摁在地上签了婚书。本来是定于六月二十八，奈何时间太过仓促，不得已只能改到七月初四，也算个大吉的好日子。而因为他王老爷终究是大康之人，在凉都并没有什么豪门大宅，所以婚典自然是在齐王府举行，倒是少了迎亲环节，省了些事。其实庆国的婚典与康国相比，各种礼仪流程包括习俗都是大同小异，差别不大。 但唯独可能因为李乐瑶那小妞乃是皇室郡主的原因，各种严格的规矩礼制，反倒一下子繁琐了太多。诸如宜城之前有宫中来人宣读各种宗室礼文，就耗费了不少时间。而前来道贺的客人并不算多，基本都是朝廷官员与勋贵以及李氏宗亲。尽管据王修所知，齐王府不仅在朝中位高权重，而且生意产业也不小，家大业大。可因为王爷的特殊身份，那些替王府打理生意的掌柜、执事之类。 自然是不会再受邀之列的，可即便如此，酒宴依然足足摆了七八十桌之多，可谓声势浩大。从一大早，整座王府便已张灯结彩，到处披红挂绿，好一片喜庆热闹景象。其实按照礼制，皇室郡主出阁大婚，女皇帝本也会一驾前来道贺的，可出乎意料，还真如那天在清泉见时所言，并没有前来。宫里只是派了个老太监代表女帝送来了贺礼。婚典同样是傍晚开始的。 虽然对王修来说都已经两次了，可足足一个时辰，各种繁琐至极的仪式流程下来，依然是折腾的汗流浃背，累得像条狗一样。直到李乐瑶那小妞顶着大红盖头，拖着长长的大红喜袍被送入洞房，这才稍微轻松一些。可突然之间，心神竟有些恍惚。说实话，对于这门婚事，直到现在都依然还感觉有点浑浑噩噩。对于那粉嘟嘟脸小妞，要说心中讨厌不喜欢吧，好像有点牵强；要说有多少男女之情吧， 也算不上，怎就稀里糊涂拜堂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妇了？或许更多的，一个女子还身为高贵的皇室郡主，却为了他不惜自污名节，大闹朝堂。要说心中不敢怀，那是他王老爷太薄情寡义。按照计划的行程，大婚过后后天初六便要启程回大康了。只为独不知，那黑脸的景龙皇帝在得知老子娶了个庆国郡主回去，而且第一个儿子还得回庆国继承爵位，脸会不会变得更黑？ 倒是李达那死老头，穿着一身崭新的华服，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好像使不完的劲，上蹿下跳个不停。一边忙着接受那些大小官员的前来道喜，还不忘隔三差五就凑到他王老爷跟前来，往他心脏捅上两刀。怎么样，老夫就说，你这个孙女婿跑就跑不掉吧。老夫是谁？庆国皇帝的叔祖父，当朝王爷。你这小子真以为当初在林州跟你说的，就算绑也要把你绑了，老老实实给老子做孙女婿？ 是跟你吹牛啊！现在跟老夫的宝贝孙女堂也败了，以后你小子要是敢冷落她，敢对她不好，不赶紧乖乖给老子多生几个大胖曾孙子，饶不了你！就你这样的，老夫一只手打十个！只把他王老爷气得心肝尖尖都在颤。要不是看在今天场合特殊，又实在打不过，还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非得一拳头整过去，鼻梁都给他弄歪。席间敬酒的环节自然不能少。其实除了李氏宗亲成员， 以及女眷不少前来道贺的朝臣，那天在成名殿大朝会上也都见过。虽能叫上名的没几个，但也算面熟。所幸还好的是一个个虽然对他这个一手导致了前线溃败的国之仇敌依然愤恨的厉害，可既然天子都已做了决断，再加齐王李达在朝中的威慑力，眼下又是大喜的日子，倒也不至于多刁难。场面气氛总体还算和谐，甚至就连那灭绝师太李清，尽管从来都是板着一张生人勿近的脸。 居然还主动回敬了一杯酒，说了些诸如“乐瑶那丫头可是本官从小看着长大的，王爷也就这么一个嫡孙女，还望郡马切莫负了她。”两国现既然已休战缔结友好，闲暇之余，郡马可多陪郡主来凉都看看之类的话。尽管对于这种阵仗，王老爷也算经验老道了，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养金鱼，各种夺酒的手段炉火纯青，只奈何实在宾客太多，挨着挨着敬酒下来，也还是被灌得七荤八素，脑袋昏沉沉，两腿都发软。 而且因为皇室郡主大婚，京城还专门为此取消了夜间宵禁，所以宾主尽欢下，一场婚典酒宴硬是一直推杯置盏到半夜，才总算渐渐落下帷幕。而洞房自然也设在王府内，反倒让王老爷突然有种做上门女婿的感觉。不过倒也无所谓，他自然也不是那种扭捏矫情的人。直到这时，才总算长长松了一口气，拖着醉醺醺的疲惫身子，在两个丫鬟的引路下朝洞房走去，颇感意外。 洞房并没有设在那小妞的闺房，而是在靠近后院挑了一座独立小院，极其别致雅静，更是早已装饰的富丽堂皇。或许更多是为了顾及他王老爷的感受，毕竟一般来说，只有招上门的赘婿才会将洞房设在女子闺房。这让王修有些好笑，没看出来那死老头随时一副吊儿郎当老顽童德行，狗都嫌，有时心思倒还挺细腻。而在两个丫鬟带领下，径直上到小院二楼，轻轻推开房门进去。 只见眼前不仅好一片喜庆景象，红烛高燃，大红喜字高悬，就连纱帐垂帘都全部换作大红喜庆之色。或许因为郡主身份，里面更摆设了不少皇室专用物事，让整间洞房更处处华贵之气。正中央那张大床，自然早铺上了大红喜被。李乐瑶那小妞头顶盖头，正安静端坐在床沿，而跟前自然早有喜婆与几个丫鬟端着托盘在老老实实候着。 因身为郡主，大婚喜服的样式自然与寻常女子出阁截然不同，拖得长长的领口，胸前用金丝绣兰花与凤凰纹络，珍珠做点缀，更一下子显得贵不可言。奈何这妹儿本来身材偏娇小，再配上这么一大套喜袍，反倒显得有些滑稽。就这么俏生生坐在那，虽顶着盖头，却也明显瞬间察觉到他王老爷进来，顿时娇躯一颤，葱缎般小手死死攥着裙摆，指节都有些发白。何景九的仪程。 倒是与他当初迎娶三位夫人时大同小异，只为读那些祝福的礼词，哪怕一句话、一个措辞，都引经据典，极为考究严谨，足足折腾了一刻钟，才终于结束。喜婆与几个丫鬟自然盈盈恭敬行礼之后，很快便退了出去。于是洞房内顿时便只剩下两人。可当王修紧挨着小妞坐下，轻车熟路拾起旁边早备好的玉如意，轻轻挑起盖头，眼前景象却也不由得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帘。 好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儿，略带婴儿肥的脸蛋，烛光相应下，点点醉人红晕，如凝脂的肌肤竟显得那般吹弹可破。一双大眼睛，长长睫毛下灵光闪动，如琼蕊绽放，搭配那精致小摇鼻，更是粉雕玉琢。按照郡主出阁规制的彩冠上，璀璨耀目的玉珠灼灼生辉，更映衬的这女子那般雍容华贵。可偏偏又略带几分娇憨神采，硬是让他王老爷瞬间看的眼睛都直了。 前段时间天天跟唐娇那妹子待在一起，小手也牵了，小嘴也亲了，该捏的地方也捏了，本就搞得一身火燥燥的，此时更是口干舌燥的厉害。然而这时却见眼前这小妞粉嘟嘟的脸蛋瞬间一阵通红，虽然心思单纯，却也明显深知这洞房花烛夜意味着什么，更瞬间紧张的呼吸都有些急促，小摇鼻点点晶莹汗珠。可没想到，紧跟着却又似乎突然想到什么，神色一暗。 眨眼间，那叫一个委屈可怜模样，撅着嘴，气呼呼瞪他一眼，迅速朝一侧挪了挪。鼻息一声冷哼，不想理你。随即便目光瞥向一边，被齿轻咬檀口，一副本郡主还在生气，神仙也哄不好的神情。咦？瞬间，王老爷一个战术性后仰，瞪着这小妞，眼珠子滚圆。还真没想到，这妹子别看平常一副可怜兮兮跟屁虫模样，倔脾气一上来，还真让人哭笑不得。当下。 眼珠子咕噜一转，瞬间一片凶狠之色，一只巴掌高高扬起，目光死死盯在他那挺翘滚圆小屁股上，已是满面威胁味道。良久，只见这小妞倒是总算又偷偷扭过头来，然而只看了一眼他那高高扬起的巴掌，还有那凶巴巴脸色，瞬间吓得娇躯一哆嗦，脸色都变了，那叫一个委屈可怜，嘟着嘴，眼眶都一阵泛红，却奈何又一咬牙，仰着小脑袋，气呼呼憋出一句：“你。” 你就算又打我屁股，我也不会理你的。我发过誓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说一句话了。又将脑袋撇向一边，不再看他，顿时让王老爷一下子气乐了。哟呵，不就是那天大街上被老子凶巴巴的训了一顿吗？现在都糖都拜了，都洞房花烛夜了，至于这般记仇吗？然而，同样这时，正当他还有点懵，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一下子呆住了。只见这小妞却又不紧不慢转过头来。 大眼睛悠悠望着他，带着几分患得患失，依然一副可怜兮兮模样，红着眼眶。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生我气了？其实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喜婆跟我说了，大婚之夜如果闹不愉快的话，会不吉利的。要不我们先暂时和好，等明天我再接着不理你。还有，以后我是不是应该改口叫你夫君了呀？但就算暂时先和好，本郡主也绝对不会原谅你的。谁让你那天那么狠的骂我？于是刹那。 王老爷便彻底哭笑不得了，讪讪望着这小妞那副说不出娇憨迷人又楚楚动人的模样，硬是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可此时却哪还有丝毫迟疑，挪了挪身子，二话不说，一双大手便已环在他那纤细小蛮腰上，将他那娇小柔软娇躯抱起，让他坐在自己大腿上，使劲点头：“好，那就说定了，明天你再接着不理我。”话音未落，俯下头，厚实的嘴唇便已死死堵在他那樱桃般诱人檀口上。 阮香在怀，静静感受着怀里这小妞淡淡的幽香，目光之中已是一片温柔与疼惜。顷刻，李乐瑶娇躯又是一颤，近乎本能，一双玉臂只是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已是彻底瘫在他怀里，只微微仰着小脑袋，诱人红唇任君采撷。紧张的呼吸急促，长长睫毛都不停颤抖，却又那叫一个娇羞无限，脸蛋潮红，耳根都滚烫一片，鼻息间只若有若无一声轻吟：“夫君，明天好像有点快，要不过两天。” 然而话未说完，嘴唇又被咬上了。于是很快，洞房之中已是一片诱人风情。隐约之间，阵阵略显不宜的声音传来：“夫君，我有点紧张，你把眼睛闭上，不准看，羞死人了。”一时间，不仅红红的烛光似乎一下子柔和了不少，就连天边的星星似乎也羞红了脸，悄悄躲进了云层。第二天，当王修从被窝里醒来，却见身边李乐瑶依然还在熟睡着，只是此刻。 浑身指着一件雪白内衫，一双莲藕般的玉臂紧紧环在他脖子上，整个人如八爪鱼般缩在他怀里。乌黑如瀑布的柔顺长发随意挥洒，说不出的慵懒之态。近在咫尺，那张粉嘟嘟说不出明艳的脸蛋，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刚从少女变成妇人，隐约丝丝醉人红晕，更那般娇艳欲滴，吹弹可破，说不出的动人风情。也不知正做着什么美梦，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小摇鼻轻皱，煞是可爱。特别宽敞、略显凌乱的领口。 那一抹清晰可见的白皙肌肤，以及软香在怀阵阵温润感受，更让他王老爷瞬间只感觉一阵心神激荡。这个娇滴滴又粘人的小妞，实在令人欲罢不能。近乎本能，一手托着他那弹性十足的臀部，一手环着他那柔软纤细的小蛮腰，蜻蜓点水便已啃在他那樱桃小嘴上。然而此时，却也似乎感觉到异样，怀里这小妞却也终于慢慢睁开惺忪睡眼，鼻息若有若无一声轻吟。可没想到。 只看了一眼他王老爷那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却是一声惊叫。出京人士乃扛得住与一个男人这般暧昧至极的姿势，脸蛋唰的一下涨得通红，说不出的惊慌恼羞，耳根都滚烫的厉害。只是语无伦次，阵阵娇哼。看什么看？你这恶人！抱着他脖子，脑袋更使劲往他怀里拱了拱，压根不敢与他对视。恶人，快放开本郡主！气呼呼的。还有，说好的今天开始继续不理你的，大清早你就这个样子。 一时间，那叫一个娇憨迷人，硬是让王老爷更心神激荡的厉害，瞬间将他搂得更紧了，已是一脸坏笑，微微低下头，伏在他那绯红的耳边：“要不今天就算了，明天再接着生气。”顿时只感觉怀里娇躯又是一颤，只没料到，却又听的一声若有若无轻吟：“嗯，算了，我不生你气了，但是以后你这坏人要是再敢那么凶的骂我，我就放齐州郡公咬你。” 而且真的，真的一辈子都不理你了。刹那，王老爷更一下子乐了，哪还有丝毫迟疑？一个翻身便已将这小妞压在身下，一只手轻轻一拽，他那内衫束带便已无声滑落。于是很快，依然喜庆华贵的洞房内再没人说话，只剩下阵阵旖旎声音，如清泉叮咚，又如狂风骤雨，令人浮想联翩。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切才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清晨的阳光。 透过窗棂的缝隙投射在房间一角，王老爷总算心满意足了，只是半靠在床头，静静体会着这一刻的宁静温馨。可没想到，正当满脑子琢磨着要不要再睡个回笼觉，却只听得怀里隐约一阵抽泣，心中顿时一紧，低下头，瞬间一愣。只见怀里这小妞粉嘟嘟脸蛋依然潮红的快要滴出水来，似乎再也没了力气，只是额头点点香汗，慵懒至极，趴在他怀里。可此时。 却哪还有刚才那副几分娇憨、几分羞涩模样，只微微仰着头，眉目悠悠望着他，不知为何神色说不出的落寞，带着些许患得患失的伤感，眼眶之中甚至点点泪花在闪烁。王修顿时一阵诧异，有些不明所以。然而不等他说点什么，却见这小妞一声哽咽：“夫君，我没事，只是突然想起，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回林州了。其实你不知道，别看爷爷成天乐呵呵的。” 特别这几天忙着筹备我们的婚事，更是喜笑颜开。可因为从此以后我就要跟你去林州生活了，他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昨天上午在闺房里忙着穿戴喜服之类，还有诸多出嫁前的仪程，本来热热闹闹的，可我却看见爷爷一个人站在角落，一边笑一边偷偷抹眼泪。王修更加愕然，有些哭笑不得。还真没料到这小妞，别看平常一副呆萌单纯、略带刁蛮的模样，竟还有如此多愁善感的一面。 可一时间也不知该说点什么，只能将他抱得更紧了些。然而短暂沉默，却见这小妞又眼泪汪汪，凝噎道：“还有前天晚上，他去了祠堂，我就站在远远的看他，凝着一壶酒，坐在爹娘的灵位前，一边喝酒一边陪爹娘说话。他告诉爹娘，终于如愿给我找了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如意郎君，不但长得一表人才，还才华横溢，而且最会疼媳妇。他还给爹娘说了好多关于你的事，说你年纪轻轻便已贵为康国郡公。” 说你一口气写了二十五首诗，首首震古烁今。说你用兵如神，运筹帷幄。岐山关一战大败三国合盟十五万敌军，堪称英雄盖世。他还告诉爹娘，我大婚之后就要跟你去林州生活了。他相信我一定会在那儿生活的很好，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可是最后，我就看他一个人说着说着，就趴在爹娘灵位前，泪水一颗一颗的滚，脑袋轻轻枕在他肩膀上，神色更已说不出的黯然。良久，才又悠悠沉吟道。 爷爷这辈子虽最痴情的便是祖母了，虽然也娶过两个侧王妃，可更多的也只是因为朝堂上的一种联姻而已，所以也没诞下什么庶出的子嗣。奈何当年因为爹娘意外去世，祖母太过悲伤，忧思成疾，不到半年也撒手人寰了。从此这王府便只剩下我们爷孙相依为命。而他终究年纪也大了，可谁曾想到老了，身边却连个尽孝侍奉的人都没有。妾身随夫君去林州之后，这凉都便只剩下他一人孤苦伶仃了。 虽贵为王爷，朝中也算权势极高，可是王修怔怔望着怀里这小妞，那眼泪妈撒的楚楚动人模样，鼻息也不由得一阵酸楚。可没想到，沉默良久，李乐瑶却又一声轻叹。还有就是黄姐，王修顿时神情一凛，却见这小妞又哽咽道：“这世上除了爷爷，便是黄姐对我最好了。其实以前还没什么，可自从五年前黄姐刚登基为帝不久。” 庆国朝廷不仅正处于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皇位之争又才刚刚结束，他便遭到了一次刺杀，昏迷了几天几夜，险些殒命。或许因为是我天天守在皇宫寝殿里照顾，直到他慢慢痊愈，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对我特别好，处处娇惯着我，不愿看我受一点委屈。有什么事求他，他也都会答应。王修侯杰上下鼓动着，凝神听着。半晌，李乐瑶才又继续叹道：“其实别看皇姐贵为当今天子，九五之尊。” 更被称为庆国难得的一代圣主，可我知道他别提有多孤独了，又要处理各种政事，又要与朝臣周旋，这几年又不遗余力推动变革。他曾跟我说，庆国虽为天下大国，可终究还有太多太多百姓吃不上饭、穿不暖衣。他想要让这些穷苦百姓们都过上好日子，可偏偏他自己，或许因为身为帝王吧，身边却根本连一个能知冷知暖、说些体己话的人都没有。今年都快二十三岁了，也尚未大婚圣王。 我也曾问过他，可他总跟我说，在他心中一直住着一个男子，天下谁也无法取代。可至于那人叫什么，人在何方，他却总是笑笑，什么也不愿说。王修依然没说话，只是不知为何面色变得有些沉重。李乐瑶更将身子使劲往他怀里拱了拱，继续呢喃道：“其实昨天一大早，我便去宫里见了皇姐，郡主出阁大婚，需去宫中面圣接受垂训，这本就是规矩，也算跟他道个别。”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久的话。 声音凝咽，他嘱咐我：成婚之后便是大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般任性了。而且身处异国他乡，再不能像以前。哪怕我闯下再大的祸，他也可以护着我了。他跟我说，以后若是想家了，便抽空回来看看。峨眉轻皱，却又似乎突然几分疑惑，而且挺奇怪的。他还一个劲跟我说：骏马虽向来行事谨慎，又深得康国皇室恩宠，可偏偏有时候又极其容易意气用事，稍有不慎便容易惹来大祸，让我多看着你些。 他还说：“你别看成天大咧咧的，举止无端，可实则是一个内心特别骄傲的人，而且有时候犯起浑来，往往能把人气死。”他还说：“你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最讨厌的便是被人欺骗，特别是被心中最在乎的人欺骗。”虽然他再三嘱托我不要跟你说这些，可我心中挺奇怪的，他怎么好像比爷爷还了解你？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还总感觉有些魂不守舍的，而且我高退的时候，他好像还哭了。刹那间，王修脸色刷的变了。 似乎瞬间意识到什么一般，脸色青一阵红一阵，也看不出是喜还是悲，说不出的怪异。喉结上下鼓动着，太阳穴更是突突跳的厉害，直勾勾望着前方，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硬是呆若木鸡。可半晌，也只能将这个满面伤感、失魂落魄的小妞紧紧搂在怀里，好一番怜惜，直将她安慰的心情总算好了不少，脸蛋绯红，吐气若兰，眼里都快滴出水来，才从床上爬起来，在李乐瑶服侍更衣下。 再简单洗漱一番，才牵着这小妞的小手走出洞房。可没想到，刚走出院门，却只见前方急匆匆跑来一丫鬟，大步冲到跟前，盈盈一失礼，随即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双手呈上。禀郡马，刚才，刚才有一老者自称是康国康泰商行位于咱凉都的店铺掌柜，送来一封信，让奴婢务必亲手交给郡马爷，说是您请康国长公主殿下帮忙的事，终于办妥了。只没料到。 王修先是神色一怔，倒是接过那信封，可紧跟着却连看都没看，眨眼便撕了个粉碎，随即只是淡然笑笑：“这个不重要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七月初六依然是个大晴天，才上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便已炙烤着大地。南城门自然早已打开，商贾与百姓们来来往往，一片喧闹景象。而此时，巍峨庄重的城门外早已停着一排精致华丽的马车，足足七八辆之多。不仅如此。 还有一匹匹高头大马。大康齐州郡公与庆国永宁郡主大婚之后，终于要启程归朝了。毕竟身为庆国堂堂郡主，即便远嫁他国，可自然也与当初朱妙宇如出一辙。除了丰厚嫁妆，随嫁的还有一大群丫鬟，甚至产婆之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当初长公主赵兰离开时给她留下的十来个大康宫中侍卫，一路护卫安全。齐王李达自然前来相送。李乐瑶这小妞。 倒是又恢复了那净装短衫的装束，梳着一个新腹髻，却是扑在祖父怀里，哭得稀里哗啦。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番离别伤感之后，队伍才终于顺着宽敞笔直的官道，缓缓向前方驶去，渐行渐远，渐渐消失在远方。只是此时谁也没有看见的，就在那巍峨高大的城墙之上，一个极其隐蔽的位置，正盈盈站着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秦首峨眉下，长长睫毛如浓墨淡烟，双目盈盈。 再搭配那白皙如凝脂的肌肤、绝美的容颜，那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漂亮，直叫万千粉黛黯然失色。尽管只身着一袭淡黄色长裙，婀娜曼妙如一世独立，可浑身上下依然掩盖不住那一片身为帝王的威严气势，气吞山河，令人不敢生出丝毫亵渎之意。除此之外，身后还毕恭毕敬站着两个宫娥，以及远处一群身着盔甲、腰佩横,配横刀的禁军侍卫。此时，女子就这样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一双美目悠悠望着远方，眺望着城墙下那一条笔直的官道上，那一对精致华丽的马车，在十多个康国侍卫的护送下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直到再也看不清，直到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可不知不觉，娇躯微微轻颤着，脸上满是晶莹泪珠，一颗接着一颗，不停向下滚落。鼻息中一声哽咽轻吟：“傻子，答应我，保重。”身后那两个宫娥顿时满面焦急：“陛下。” 郡主此次远嫁，又不是不能再回来了，还请陛下千万保重龙体，切莫过于忧思啊！奈何女子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双目怔怔望着前方那车队彻底消失的方向，任凭泪水无声的滚落。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终于艰涩笑笑，被齿轻启，摆驾回宫吧。可同样这时，当他刚隐隐转过身，娇躯却又是猛地一颤。只见前方城墙哨岗那坚实的青石板台阶上。 正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就这么怔怔看着他，却是嘴巴张得老大，呆若木鸡。瞬间，女子更是神色一变，惊呼出声：“你不是走了吗？”王修此刻只感觉整个人都快炸了，如遭雷击，脑瓜子嗡嗡的响。哪怕多年以后某一天，在梁都城领着这北方大国两个年幼的皇孙偷偷溜去花楼喝酒听曲儿，再回忆起此刻初次见到他们的皇祖母时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万千感慨。 倒不是因为这个，曾无数次被他在心中腹诽，定是斗鸡眼、朝天鼻、满脸麻子，奇丑无比，不敢见人。就连那篇洋洋洒洒,洒、言辞如刀的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也被他骂上一句“头大如牛、蓬头利齿”的庆国女皇帝，竟是生得如此倾国倾城。仅仅着一袭淡黄长裙，站在那里，便只如众星邀月，只让天下万千粉黛失了颜色。而真正让他瞬间震惊的无以复加，心脏扑腾扑腾乱跳，都快提到嗓子眼的，却是只见眼前这女子。 无论那绝美的容颜，还是那曼妙婀娜的完美身段，甚至一颦一笑，竟然瞬间完全让他看的眼睛都直了，惊诧的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然而这时，倒是女皇帝身后那两个宫女率先反应过来，面含韵色，一声娇斥：“羞得对陛下无礼！”与此同时，远处那一对禁军侍卫同样面色猛地一沉，护驾手已齐刷刷摸向腰间横刀，一窝蜂就要杀气腾腾猛扑过来。可没想到。 不等有所动作，女皇帝却只是一摆手：“都退下吧。”短暂惊讶错愕之后，便已瞬间恢复了身为一国天子的威严气势与从容，语气平静却极具威严之势。王俊公虽为康国之臣，更是永宁郡主的郡马，朕的堂妹夫，又怎会对朕图谋不轨？紧跟着，只是神色淡然望向他，被齿轻启。王俊公看朕的神情，为何竟这般古怪？难不成以前曾见过朕，或者？ 曾经见过与朕长得颇为相似的女子，又或者以王俊公的猜测，朕必定是长得奇丑无比，头大如牛，蓬头立齿。此次亲眼目睹，大相径庭，心中失望。毕竟在王俊公心中，一个内心扭曲变态，还手段霸道狠毒的皇帝，怎可能会是一个容貌丑的，似乎并不太过分的女子？四王修嘴角猛地一抽，黑着脸不说话，只是双眼死死打量着他。 却奈何李青梅依然神色平静，带着些许疑惑。峨眉浅皱，永宁郡主乃是齐王的嫡孙女，而且自幼朕都将她当亲妹妹一般看待。此次朕这妹子终究要远嫁康国，不远千里，异国他乡，朕心中难免唏嘘感慨，才决定出宫走走，也算送一送她。但让朕好奇的，朕虽是微服出宫，可除了随行侍卫，暗中同样藏着不少身手不俗的暗卫，滴水不漏护卫朕的安全。 而王俊公是如何突破层层暗卫，到了朕的跟前？如果没猜错，你是借了郡主的令牌。一声无奈长叹，朕这傻妹子啊，还真是这样。这才刚刚成了婚，便对人家掏心掏肺了，就连庆国郡主的令牌都可随意外借了。可话音未落，语气说不出的冷漠。王俊公与郡主虽为夫妇，可冒用郡主令牌，可同样是大罪。你即便身为康国之臣，可朕也同样有权处置于你。顿了顿，却又冷冷道。 正看在永宁郡主的份上，两国又刚刚才签订了休战和平的契书，可以不追究。但这块令牌你不能再留，交出来吧。与此同时，自有其中一名宫女大步走到他跟前，伸出一只手来。刹那间，王修神色一变，望着这女人那一副帝王杀伐果断的冷漠模样，眉头都快扭成两只麻花，倒也只能老老实实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黑褐色青铜牌子递了过去。可即便如此，脸上却又堆起几分玩味笑容。 我这人一向胆小的很，女帝陛下也不必出言吓唬。本郡公本来已启程回大康，只是突然想起心中尚有诸多疑惑，想与陛下聊聊，因此这才让夫人领着随行的丫鬟侍女先行一步，至大梁府驿站休整等待，自己却折返回来。之所以没去皇宫求见，而是来了这里，也只是猜测陛下与郡主姐妹情深，或许会来送行而已。只是没想到，还真让我猜对了。哦，顿时。 只见女皇帝也是微微一愣，被齿轻启，语气依然平静，只是不知王俊公有何事求见于朕。然而，眼见他王老爷闭口不说，紧跟着倒是扭头望向身后那两个宫女与那群侍卫，淡然摆了摆手：“都退下去吧。另外，暗卫也都撤走吧，没有朕的口谕，任何人不得靠近。”陛下，请客。那群禁军侍卫更是神色一紧，满面担忧。奈何话未出口。 李青梅又只是一声呵斥：“退下去！”眼见皇帝已经几分怒色，那群宫女与侍卫自然不敢再言，尽管依然紧张担忧的厉害，却也只得战战兢兢赶紧退下。于是眨眼，这高高耸立的城墙岩台之上便只剩下两人。李青梅这才抬起头来，带着几分帝王不怒而威的气势。王俊公是心中疑惑：那日在皇宫清泉涧中，朕为何会与你说那些话？毕竟暂且不论你之前处处与庆国为敌。 仅仅此番两国战事，你更是导致我庆国居羽关大败的死敌。朕身为庆国天子，身负着社稷兴衰的重担，断然没有为死敌的安危担忧的道理。声音依然不带丝毫感情。朕当初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永宁那丫头，朕从来将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不想她年纪轻轻便守了寡。更重要的，或许一定层面，咱们是一类人吧？你身为康国重臣，心心念念想着的是康国百姓的疾苦，而朕又何尝不是如此？ 惺惺相惜吧，却又温婉笑笑，面色玩味。难不成王俊公还真以为，凭借自己满腹经纶写的一首好诗，无论岐山关还是居雨关两次大战，又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朕便不可自拔的倾心于你了？若真是如此，王俊公是否未免太自作多情了些？纵然就连朕也不得不承认，王俊公很优秀，文韬武略堪称举世无双。可这还不是朕挑选夫婿圣王的理由吧？更何况，朕身为一国天子。 我未来的夫君可以不必文韬武略，也可以不必文采超绝，但必须对朕一心一意。而王俊公早已好几位夫人，又怎能入得了朕的眼？王修顿时一阵吃瘪，可即便如此，反倒嘴角勾起一丝讥诮。陛下还真猜错了，本郡公纵然有时候的确自恋了些，可还不至于狂妄到自以为可以令堂堂庆国皇帝芳心暗许的地步。此次前来面见陛下，其实只为一件事。顿了顿，突然记得。 当初刚被陛下算计了一道，被带到大梁府中军大帐，本以为必然小命不保，可没想到，纵然圣驾面前那般恶毒狠辣的破口大骂了陛下一番，可陛下心胸宽广，竟没龙颜大怒，当场砍了本郡公的脑袋祭旗。话锋一转，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就在陛下为本郡公准备的营帐中，睡得正香，伸手不见五指，却突然有一个女子偷摸潜入到我的床前，一句话不说，将本郡公摁在床上。 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又掐又揪的，这还不算什么，这个疯子婆娘就像一个变态狂魔一般，掐完揪完，竟还还抱着本郡公亲了一口。说着说着，已是满面怆然凄苦。本来这事本郡公都已经决定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谁也没敢说。毕竟堂堂七尺男儿，竟被一个女人半夜摁在被窝里又打又掐的，这要是传出去，我也没脸活人了。可刚刚走了半道。 左思右想，又实在觉得心中气愤憋屈，被一个娘们打了还不算什么，关键还莫名其妙被亲了一口，声音已是说不出悲苦，甚至都几分凝咽，那种感觉就好像被疯狗咬了一口一样，我觉得自己都不干净了，名节贞操也被玷污了，特别对不起几位夫人，所以还望陛下能给本郡公一个公道。一边说着，已是目光灼灼，死死盯着这女人那绝美脸蛋，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 只见李青梅根本一脸愕然诧异，惊呼出声：“什么？还有这种事？”却依然满是身为帝王的沉稳雍容。若真是如此的话，倒是让王俊公受委屈了。又浅眉轻皱，几分疑惑，被齿轻启：“可是，朕的中军大营守卫绝对森严。而当日王俊公虽为俘虏，可朕也令人严加看管，外面更是层层禁军侍卫。没有朕的手谕，无论是谁，几乎是绝无可能潜入王俊公营帐中行凶的。” 随即又抬起头，一本正经道：“不过王俊公尽管放心，朕回宫之后必然严查。”刹那，王老爷彻底愣住了，死死望着这女人，嘴巴成 O 字形，脸色硬是瞬间漆黑一片。卧槽，跟预想的完全不对啊！硬是从这女皇帝脸上看不出丝毫异常啊！难不成压根是老子所推断猜想的全错了？可这特么也不应该啊！没想到看着他那副惊诧茫然模样。 女皇帝反倒比他还诧异，皱着眉头。除此之外，王俊公还有什么事吗？放心，朕既然允诺，那无论何人所为，必然严惩不贷，给王俊公一个公道。于是乎，王老爷便有些崩溃了。尽管如此，却又脸色一横。其他倒没什么事了，但陛下可知，刚才为何初次见到陛下容貌，本郡公会表现那般失态？只是不知为何，声音似乎都有些发抖。陛下还真猜对了。 本郡公还真曾见过一位与陛下极为相似的女子，不过却是在梦中。哦，女皇帝又神色一愣，几分诧异，倒似乎一下子来了兴趣，还有这般新奇的事，王郡公可否说来听听？王修咬了咬牙，黑着脸，依然死死盯着他，样样沉吟道：“说起来还是去年的事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又很长很长的梦，至今想起都还历历在目，在梦中。” 我似乎不再是林州城那个小地主，而是成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商行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匠。而那个女子，说实话，那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姑娘。可是那女子很凶，脾气也非常不好。最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老是仗着自己是商行的大小姐，便处处欺负我，找我的茬。要么天天逼着我修改各种各样的加工图纸，要么就是威逼利诱，非得逼着我陪她逛街。 甚至好几次，明明只饮了少许的酒，却非得装醉，让我背着他送他回家，还不准雇马车。女皇帝没说话，只皱眉认真听着。王修笑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挺烦他，也挺恨他的。我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想老老实实上宫，挣点微薄的薪俸，购置一套小宅子，娶妻生子，可为何就偏偏招惹到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人？所以一想起那女子，我就常恨得牙根痒痒。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离他远远的，也藏在背地里。 用恶毒的话咒骂他。然而说着说着，不知为何，声音已是说不出的落寞。然而直到有一天，在家中亲戚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子。虽然不及她那般美若天仙，却很温柔。我们甚至都决心彼此多熟悉熟悉，然后便完婚。可没想到，那个可恨的女子竟千里迢迢跑来了，无理取闹，大发雷霆。最终，我们狠狠的大吵了一架。我骂了她，骂得很凶，几乎是用我能想到的。 最恶毒的话语，而那一天，我看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哭的样子，声音哽咽，一声长叹。再后来，梦就醒了。可是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何，我竟又常常想起他。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总算彻底摆脱他了，可醒来之后，却又常常念着他，想着他，竟又那般怀念起在梦中和他在一起，天天被他欺负的日子。我似乎也总算懂了，在梦中他为何常常骂我。 就是这天下最大的傻子，依然目光如炬，死死望着眼前这女子，自嘲的笑笑。当然，这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然而，只见李青梅虽几分错愕，可面色依然平静的没有丝毫波澜，朝他淡然一笑，举手投足依然那般华贵而又雍容。一声轻叹，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但细细听来，倒也颇为有趣。随即，却又正了正色，语气平淡沉吟道：“倒是总算明白。” 王俊公刚见到朕时，为何那般惊讶了？行了，王俊公若再没其他事，便请先回康国吧，切莫让朕的妹子久等担心了。至于刚才所言之事，你大可放心，朕定会严查到底。于是乎，王老爷一下子僵住了。我操，这特么都叫什么破事？这都叫什么破事啊？亏得老子还迷之自信，结果所有的猜错与推断全他妈错了呀！瞬间。 硬是老脸青一阵红一阵，只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其实严查不严查，好像也不重要了。”扭过头，赶紧大步便朝城墙下面走去。大爷的，这下好了，事情不但不是老子想象的那样，竟连当初被一个疯婆娘半夜摸到床上，连揪带掐还亲了一口的事，都一股脑给抖出来了。丢死仙人了！以后都彻底没脸来庆国了。然而，同样这时，才刚红着脸走几步。 却只听得身后扑哧一声娇笑，紧跟着那女皇帝一道声音传来：“喂，叫你走，你还真走啊？果然还是那天下最大最大的傻子，瞧你这傻乎乎的样，快笑死我了！”王修心中一个机灵，猛地转过头来，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震惊当场。只见此时，这位手握无数人生杀大权的庆国女帝，却哪还有刚才那气吞山河的威严之势？明艳不可方物的脸上，不知何时早已挂满晶莹泪珠。 一颗接着一颗，不停向下滚落着，泪眼摩挲如梨花带雨，美目流转，盈盈凝视着他，却又偏偏那般甜甜的笑着，笑着，在这个夏日上午的阳光下，如山花烂漫，如涓涓细流，又如璀璨绽放的洁白荷花，乃还像个杀伐果断的帝王，北方庆国百年难见的一代圣主，略带些小女人的俏皮，又带着些阴谋得逞的奸诈得意，朝他使劲眨巴两下眼睛。从刚才一开始，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揣着什么目的？清脆出声，活该！谁让你成天就知道惹我生气的？以前这样，现在还这样？王修有点懵，脑袋有点短路。而这时，这女人却又盈盈款款走上前来，径直走到跟前，如花笑靥下悠悠一声轻吟：“傻子，梦中那个女子，你真的不再恨她了吗？”然而话音未落，似乎心中憋着滔天怨气怒气，这一刻彻底爆发，哪还有一丁点身为帝王的威仪？ 竟是那般始料不及，一双粉拳朝着他便扑头盖脸使唤过来，不解气，甚至还连带着用脚踹，根本与当日大梁府营帐中半夜那个神秘的女鬼如出一辙，乱棍打死老师傅之态势毫无章法，拳打脚踢又连揪带掐的，还夹杂着声声气势汹汹的娇骂：“我打死你，打死你！那晚没活生生把你打死，你就偷着乐吧！还敢跑来我跟前告状，你就慢慢等吧，等我给你一个公道，我让你被疯狗咬了一口，让你不干净了。” 让你明节贞操被玷污了，你才是疯狗。娇喘如云，手上动作根本不听。我叫你死八婆，叫你母夜叉，叫你女魔鬼。我叫你从小缺钙，长大缺爱。我叫你内分泌严重失调的死三八。以前也就罢了，都被抓到朕的中军大帐了，还那么狠的骂我。我让你洋洋洒洒一篇讨伐庆国女帝之檄文，把我从头到脚的骂，还什么毒夫之心，人神共愤，什么赵天下群雄共讨伐之。我叫你欺负我，不会研制那些新型的战场利器。 你管那玩意叫飞天大球，你管那玩意叫小小炮仗，发了狂一般，又是一脚踹在他小腿肚子上，泪水依然不停滚落。你知道这次两国战事，除了为庆国的百姓设计，为打造一个盛世强国，我还为了谁吗？还不是为了你这冤家！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你在康国出涉官场毫无根基，又锋芒毕露，屡建奇功。你这人又容易意气用事，稍有不慎便容易惹来杀头大祸。若要让你叛国，举家迁入庆国。 自是不可能，只有让林州府彻底纳入我庆国版图，我才可以真正保护好你，你知道吗？声音哽咽，竟已是泣不成声。你知道当初南楚大乱，由四方一把大火烧了你康国使臣的住所，你生死不明的消息传来，你这冤家，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偷偷为你掉了多少眼泪吗？你知道我派了多少暗探去南楚打探你的消息吗？结果你倒好，现在两国的战事已经这样了，康国皇帝又对你恩宠有加。 那长公主赵兰更是为了你，可舍命前来凉都，我自然也就决定了，哪怕让你继续恨我一辈子，也不愿来打扰你的生活。谁知道你明明都已经走了，又回来招惹我，还跑来告状，还故意来试探我。于是刹那间，王修便彻底惊呆了，木头桩子一般杵在原地，任凭这女人如发了疯的一双粉拳朝他身上使唤个不停，硬是嘴巴张得老大，只感觉脑瓜子都嗡嗡的响。这一刻，哪还不明白？ 这婆娘究竟为何如此反应？我操！真的疯了！这世界真的疯了！这特么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见鬼了！活见鬼了呀！而且这都是什么命哦？一时间，直勾勾瞪着近在咫尺这张绝美的、令人窒息的容颜，心脏硬是扑腾扑腾跳得厉害。足足一炷香功夫，这女人动作才终于渐渐慢了下来，情绪似乎也终于平复不少，眼角依然泪痕斑斓，额头香汗点点。 微微喘着粗气，美目流转，悠悠望着他。只是此时，却哪还有刚才那副杀气腾腾、发狂模样？看着他那副依然如遭雷击、惊魂未定模样，却又一声娇笑，被齿轻启，已是万千似水温柔。疼吗？王老爷本就被折腾得浑身火燎火烧的痛，估计都已好多处淤青浮肿，点头如捣蒜。可没想到，这女人却只是一瞪眼，娇骂：“活该，疼也给我忍着，这都是你自找的。” 王老爷顿时印堂一黑，不想说话，喉结上下鼓动着。可此时近乎本能，便要顺势将这女人轻轻揽入怀中。出乎意料，不等有所动作，却见李青梅脸蛋先是微微一红，随即一声娇骂，几分愠色瞪着他：“你想干什么？才刚做了庆国的骏马，竟敢对朕动手动脚了？你就不怕被朕砍了脑袋？”王老爷顿时吓得一哆嗦，老脸更黑了。可没想到，这女人又憋不出了。 忍俊不禁，几分俏皮得意，都已经是康国堂堂郡公了，怎么还是这副傻乎乎的德行？瞧把你吓的！话音未落，却是微微上前一步，一双莲藕般的玉臂便已轻轻环着他的后背，让自己依偎在他怀里，脑袋轻轻枕在他肩膀上，鼻息间若有若无一声轻吟：“傻子，抱着我，让我在你怀里靠会儿。”瞬间，王老爷哪还有丝毫迟疑，双手自然顺势便已紧紧环在这女人那柔软腰身上。 将他紧紧搂在怀里，低下头贪婪的吸吮着他乌黑发丝间阵阵清香，感受着怀里这曼妙娇躯的温润。不知为何，这一刻心中竟没有丝毫杂念，只有太多感慨唏嘘。谁也再没有说话，似乎只想在这一刻静静享受着这片刻间只属于两人的温馨与浓情蜜意。巍峨高耸的城墙上，上午的阳光拉长着两个紧紧相拥在一起的男女的身影。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却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怀里。 一声轻吟，傻子，王修微微一怔，脸色有些古怪。然而怀里这女人终于缓缓抬起头来，美目凝视着他。果然不愧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又是没好气一声骂：“怎么，叫你傻子，你还不服气了？你在我心中不永远都是那个天下最大的傻子吗？”王修又一阵吃瘪，瞪着他。然而不等他说话，这女人又一本正经道：“今天你好好陪我，陪我去逛街，买些衣服首饰。” 陪我到处走走，再买些食材。晚上去我赠给你那套宅子，你亲自下厨做饭给我吃。我想吃你做的菜。瞬间，王老爷近乎条件反射，脸色刷的就变了，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瞪着这婆娘。你想得美！声音直哆嗦。我说李青梅，你神经病啊！莫名其妙逛个什么街？况且你是皇帝，在宫中龙袍、皇冠都有严格规制，在街上买些衣服首饰，你穿得着吗？能不能干点正事了？ 奏章批阅完了吗？正式处理妥当了吗？庆国的国库收入又增加了吗？还有宫里的御厨饭菜做的不香吗？凭什么让老子下厨？吞了吞口水，脸都绿了。更何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子是被你活捉来的良都，身上根本没几个银子。你这是欺负人！可没想到，任凭他叫嚷的厉害，这女人根本一脸淡然，嗯、啊、狠狠瞪着他，反倒比他还凶巴巴的。怎么，有问题吗？反正我不管。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而且我身为皇帝，身上也不可能揣银子，所有花销你得买单。不仅如此，我会把所有随从与暗卫全部都支开，你还得保护我的安全。你于是请客，王老爷更气得快吐血，就想不明白了，这女人好歹也是堂堂一国皇帝，统领群臣，诏令天下的天子，怎么还跟那些懵懂纯真的小姑娘一样，这么喜欢拽着老子逛街买衣服首饰？那都是些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的事，好吧？ 然而，不等他再说点啥，却见这女人又是怒目一瞪：“闭嘴！你要是敢有意见，信不信我马上把你打入大牢关起来，明天就砍你脑袋？”于是乎，王老爷老脸瞬间青一阵红一阵，一下子焉了。善善望着他，欲哭无泪。牛皮，这谁他妈惹得起？没想到，眼见他那副气急败坏德行，这女人却又是一脸得意的笑。可紧跟着，却是微微踮起脚尖，吧唧便是一口。 温润诱人的红唇啃在他嘴巴上，脸蛋微微一红。清脆，提前奖励你的，这下满意了吧？谁让我这辈子就喜欢欺负你？接下来一整天倒是平淡无奇。迫于这女人的威风，王老爷还真只得老老实实陪着逛了一天的街。其实一直到现在，哪怕也已经好几个媳妇了，就一直没想明白过，无论前世那个时代，还是如今，这些女人咋个都那么喜欢逛街购物？平常一桶水都拧不动，可逛起街来。 走上一整天都从来不觉得累，更加匪夷所思的，这女人却哪还有一丁点作为强大庆国九五之尊该有的样子？根本与前世那个让他王老爷一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痒痒的婆娘如出一辙，硬是领着他从城东逛到城西，有卖布匹的店要钻进去看看，有卖首饰的铺子也要进去挑一挑，遇上那种卖女子成衣的店铺，还非得进去选上两件，倒是不可能当场试穿，却也是比划在身上，还不忘在她面前转上两圈。 再美滋滋、洋洋得意问上一句：“怎么样，这件好看吗？”但凡他王老爷敢说上一句不好看，跟你的身材不搭配之类，又是凶巴巴一记威胁眼神送过来，甚至就连那些卖米面的粮店都根本不放过。一顿折腾下来，硬是搞得他王老爷两条腿发软，走路都打颤，叫苦不迭的厉害。陪女皇帝逛街，这特么就不是人干的活。这些统统也就罢了，直到傍晚时分，这婆娘总算累了，居然还非得让他王老爷。 背着回去，搞得他不但累得跟狗似的，最关键，大街上的百姓一个个更是频频侧目，眼神说不出的怪异。只唯独值得庆幸的，这女人虽身为皇帝，可别说寻常百姓，自是不可能见得皇帝真容。而且因为庆国皇室礼制，女帝尚未大婚，圣王就连朝会与召见朝臣都需屏风隔开，恐怕除了真正的重臣，连寻常大臣都没几人见过天子，因此倒也不必担心在大街上会被认出来。 否则，恐怕也别想活着离开梁都了。好不容易熬到晚上，这婆娘居然还真去了送给她的那套宅子，又开始威逼利诱，非得逼着她王老爷亲自下厨。只是也不知是因为忌惮这婆娘的身份，生怕脑袋不保，或是因为其他，王修道并没有拒绝。菜做的不多，就几道精致小菜，也算不得什么山珍海味，却做得很仔细、很认真。李青梅吃的也很开心，甚至还陪她喝了点酒。而这个晚上，这个女人也并没有离开。 选择回宫，而是选择在这宅子中住了下来。第二天，当王修醒来，已是日上三竿，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只是自己一人躺在被窝里，而鼻息中只隐约阵阵女子特有的幽香，以及枕边几根女子的长发。掀开被子，正要坐起身来，却是一愣，只见床单上点点嫣红的桃花，说不出的刺眼。脑子中不停浮现着昨晚与那个女人一次又一次如狂风暴雨的疯狂。 直到谁也再没了力气，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那般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更让他一时间一阵心神恍惚，半晌才总算回过神来。然而这时刚穿好衣服，却不由得又是一怔。只见房间中央那桌子上正摆着一张纸，墨迹未干，上面密密麻麻满是娟秀字迹。王修拾起纸张，便见上面字迹工整，写的也很认真。傻子，谢谢你，谢谢你陪了我一整天。 一家一家店铺地挑选着那些琳琅满目的衣物首饰，尽管最终也没买上几样东西。其实我知道，你这辈子最不喜欢的事便是陪女人逛街了，因为在你看来，那终究是一件劳民伤财也最无聊的事。可你不知道，我并不是喜欢逛街，而只是喜欢有你陪着。见你在后面跟着，明明苦着脸，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还偏偏只能忍气吞声忍着，我却别提有多开心。也谢谢你昨晚亲自下厨为我做了那些饭菜。 虽然你看上去似乎很不乐意，但我看得出来你做的很用心。菜虽然不多，也算不得丰盛，却全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可你不知道，其实我更喜欢看你在厨房中忙碌的样子。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你真的迷人极了。语气平淡，似乎只是一个温婉又略带俏皮的女子，心中静如止水，缓缓到来。也谢谢你陪我说了很多话，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你在林州的趣事。 给我讲，你曾为了赚钱，第一次混进林州诗馆的诗会上偷偷摸摸卖诗，二百两银子一首，还便收获颇丰。然而第一个主顾竟是国之储君，当朝太子。给我讲，你曾为了退掉与苏家的婚事，在苏家老祖宗的寿宴上，处心积虑大展身手，可反倒最终落得一身狼狈。给我讲，上任林州判司之初，与东宫太子踏遍林州的田野乡间，鞋子都走烂了十多双。太子曾被百姓误以为是偷盗的毛贼，拎着锄头漫山遍野的追，靴子都跑掉了。 你还曾被两条恶狗撵得摔进荷塘里，浑身湿透，冻得直发抖。你们也曾亲眼见过太多太多百姓家的苦难生活。也给我讲，曾经遇见一个随时腰间挎着青铜长剑，宛若一个仗剑天涯的大侠，却又偏偏酷爱卤肘子，有些憨憨的女子。你曾与她定下了八月十五之约，每逢夜深人静，你很想她，也很担心她，却又不知此时她究竟身在何方，过得好不好。可你知道吗？虽然很多事我早已得知。 可听你亲口说起，却依然颇感有趣。而且我感觉得到，或许因为经历了太多风雨，或许经历了被满朝文武攻伐、被天下儒生世子声讨的无助，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懂风情的傻子，也不再是林州城乌鸡巷那个憨傻少年，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一个心中装着百姓疾苦、装着妻子儿女、装着社稷安危、顶天立地的英雄。纸张之上，话语依然婉婉道来：“傻子，你知道吗？昨天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 真的，我仿佛彻底忘了，我是这个国家肩负着无数百姓期望的皇帝，彻底忘了成天处理不完的国政大事，彻底忘了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与狗狗也忘掉了所有所有的烦恼，变成了一个只想陪着心爱的男人一起疯、一起撒野的普通女子。王修面色平静，一字不漏的仔细读着。傻子，虽然你嘴上不说，其实我懂你的心思，也知你心中所想。你这人便是这样，太重感情，又容易钻牛角尖。 一旦犯起浑来，谁也不知会做出什么惊人的傻事来。可你身为康国郡公，不懂庆国皇室几百年来极其严谨甚至严苛的礼制祖训。身为天子，我自是绝无可能嫁一个他国的男子为圣王，也更无可能嫁给一个已经有了妻室的男人。毕竟事关皇室与朝廷颜面，否则庆国朝廷必然极大震动，动乱四起，甚至庆康两国之间好不容易才刚刚缔结和平盟约。 又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乱，最终两败俱伤，民不聊生。甚至就连你也注定只会被推向风口浪尖，只能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为庆国的社稷百姓，为两国的大局，也为了你，我不能自私，你懂吗？字迹依然娟秀而又工整，你知道吗？其实从一开始，我从来就没想过这辈子会大婚圣王，也早已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嫁人。所以昨晚我一点不后悔，把自己给了你，而且。 你记住了，这一辈子，无论心中还是身子，我都永远只会有你一个男人，你也永远便是我心中的圣王。所以，醒来之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便启程回康国去吧，我就不来相送了。虽说此次相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却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知道你心中有我。从此，哪怕注定此生只能身处这庆国巍峨皇宫的高深宫墙内，虽从此以后，你我相隔两千里。 可每逢月圆之夜，望着天上的洁白皎月，一想起你也在月光之下，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对吗？却又话锋一转，也或许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我终于可以撂下肩上的担子，找到一个可以带领着庆国的社稷百姓继续前行的合适人选。到时候，我便隐姓埋名来林州找你。到时候，我就在你的隔壁买上一套小小的宅子，不要多气派、多宏大，但一定要雅致而又静谧。闲暇之余，养养花，种种草。我不会与你成婚。 但可以为你生上一对儿女，细心的调教他们，教他们读书写字，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到时候，我也一定是这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吧。当然，若真有那么一天，我已不再是庆国的皇帝，或许也已是人老珠黄，甚至还没有钱。但是你不准嫌弃我，哪怕再被我天天欺负，也必须处处都顺着我。我生气了，你得耐心的哄我；我伤心了，你得将我搂在怀里，说些好听的话安慰我。逛街走累了，你依然得背我回家。 而且不准雇马车，记住了吗？密密麻麻，一封信终于到了尾声。另外，对永宁妹子好点，不准欺负她，也不准冷落了她。她虽为庆国郡主，却更是一个心思单纯而又善良的姑娘。那块郡主令牌就放在桌子上，你一并交给永宁那丫头吧。我这傻妹子，难道她就不知将堂堂郡主令牌私自借给他人，哪怕是自己夫君？要是传了出去，会给王府惹来多大麻烦吗？好了。 暂时就先给你说这些了，美美的吃个早饭，便乖乖启程回康国去吧。临行之前，你不准进宫来见我，否则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再也不放你离开了。再见了，保重，我的郎君，朕的圣王。还有，记住了，一定要好好的，知道吗？整封信洋洋洒洒，语气从始至终平淡而又宁静，没有离别时分的凄凄哀哀，也没有痛不欲生的悲凉，仿佛只是那个女子在耳边诉说着心中最简单的心事。 王修一遍又一遍看着，眼皮突突跳动着，可不知不觉，眼眶竟已是湿润泛红的厉害。将那纸张如珍宝般小心翼翼叠好，揣入怀中。讪讪起身，推开房门，远远望着这北方大国巍峨皇宫的方向，喉结上下鼓动着，已是满面怅然若失。不知过了多久，才终于一声长叹，甩了甩头，向小院外走去。来人，备车，启程前往大康灵州。七月二十二，大康京师。 大兴，楚暑已过，临近白露，一场突如其来秋雨，终于彻底将这个炎热的夏季彻底画上了句号。天气一下子变得凉爽了太多。而康庆两国之间这场出动近百万兵力、声势浩大的战事，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也终于随着两国重新划定边境、友好和平盟约的缔结，算是彻底宣告结束。当然，庆国也已归还了百余年前所侵占的十余座城池中的三座。京城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平和。 商贩们人来人往，百姓们熙熙攘攘。已近晌午，而京城北门外三十里，一个名叫桃花坪的地方，却是好一片热闹景象。其实桃花坪并不盛产桃子，秋天自然更没有桃花，而这里却是从京师前往北方庆国、通往虎牢关、居宇关的必经关口。此时，那条碎石子铺成的宽阔笔直官道两侧，早已水泄不通，围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衣着华贵的商贾，也有粗布衣衫的山野村夫。 夹杂其中，更有手持折扇、头戴纶巾的儒生士子，以及打扮的花红柳绿的年轻女子。绝大多数自然都是京城中的百姓，当然也有不少压根就是从附近州府、县府赶来的。拥挤不堪，密密麻麻，硬是绵延两三里路。哪怕天空中尚且还飘着丝丝连绵细雨，却似乎也依然阻挡不住所有人的兴奋热情。一个个伸上着脑袋，踮起脚尖，一边争先恐后朝前方使劲张望着，一边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 英雄，这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谁说不是？若不是齐州郡公用兵如神，出其不意，识破了那虎狼庆国的奸诈计谋，咱大康恐怕真的危险了。别说北方州府那些同胞，恐怕就连咱们这些京城的商人，恐怕都要沦为鱼肉，任凭那些庆国大军的铁蹄践踏，或者就只能舍家弃业，南下逃难去。从去年，那王修以一人之力独占南楚二十多名精挑细,细选的饱学之士，连账客务、算学三轮比试皆大获全胜。 为咱大康赢得岐山之地，在下我便已对岐州郡公的大名如雷贯耳了。奈何他一直窝在林州，压根就不来京城。如今总算可以如愿，一睹这少年英雄的风采了。有几个大腹便便的富商，更是在人群中红光满面，激动的厉害。瞧瞧，瞧瞧，这可是咱林州的判司大人啊！上次岐山关一战，仅仅靠着两万多岐山驻军，却以极小的代价一举歼灭由四方三国合兵十五万。 何等骇人听闻！这才过了多久，咱判司大人又立下了这等奇功。毫不夸张的说，若不是王大人用兵如神，咱大康可能早就一败涂地了。京畿一带，包括咱林州，恐怕都被庆国攻陷了。却奈何又遭到旁边几个老头嘲讽。哟，你们都说自己是林州的商人，咱老哥几个可是打小在林州城出生长大，怎没听过你们几个的商行名号？告诉你，咱才是真正专门从林州赶来的。除了咱们。 其实这次咱林州来了好多百姓，几百里路就为了在这等着，专门迎接判司大人回家。咱林州连续出了两任好的父母官啊，除了证明李正大人，咱王大人那可也是一心为了百姓的好官啊。而且王大人这次沦落庆国良都，受苦了，受委屈了。几个富商顿时一阵尴尬，涨红着脸。好吧，咱就承认了，其实我们并不是林州人，生意家业也并不在林州。但是你们几个老头听好了，但是来了。 谁不知道？现在王大人主政林州，推行的新政不但商税减半，而且还一大堆刺激鼓励的政策，比如免费给地皮建作坊，府衙给补贴，帮助咱商贾安家之类。别说这大好的政令，就凭现在林州府响当当、全国皆知的口号“新林州，新气象，好客林州欢迎您”，所以咱几家早已决定了迁往林州。就十来天前，咱们就已经跟林州商律司衙门签好了前去建作坊的契书，在林州工业园区内地址都选好了，所以从现在起。 咱们也是林州人了，而且我家闺女二八年华，对王俊公还仰慕得很，天天就捧着他的诗集读得如痴如醉。有问题吗？这很有问题吗？几个老头一阵吃瘪，气不过，一声冷哼：“你们这是诡辩，强词夺理。”而除此之外，密密麻麻、拥堵不堪的人群，远远望去，最前方正静静站着一个中年男子，身着黄黑相间的织锦龙袍，胸口绣五爪金龙，头戴帝王冠流，气宇轩昂。 赫然正是当朝天子景隆皇帝赵泰，陈皇后盈盈立于皇帝身旁，这一身大红色绣金丝凤凰图案凤袍，头戴凤冠，上缀耀目明珠，身后侍立着一大群着宫中袍服的宫女，仪态端庄，华贵雍容，举手投足间满是母仪天下的威严气势，眉目悠悠眺,眺,眺望着前方，望着脚下笔直官道的远端，只是此时圆润雍容的脸上写满着万千感怀。 扭头望一眼身边景龙帝，声音有些凝噎。二十多天，那孩子自翠屏山下落入庆国人手里，足足二十多天，就那么孤零零一个人，身陷敌国之手，身陷梁都险地，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妾身都不敢想象，这二十多天他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心里得多无助，恐怕都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才刚满二十岁啊，都还没有诞下子嗣。身躯微颤，眼眶之中隐约有泪花在闪烁。前两日，妾身去兰儿府上看他。 他跟妾身说，此次前去庆国，刚找到他，第一眼就看见那孩子，就那么孤零零站在凉都大街上，比以前都瘦了好多，看着都让人心疼。兰儿还跟我讲，庆国成名殿大朝会上，满朝文武皆辱他，视他为生死大敌，群起而攻，不置他于死地誓不罢休。他就一个人跟人家骂，跟人家吵。还有，他得知陛下与妾身身份时，得知这么久，咱们都瞒着他，骗了他。 这孩子虽然平常大大咧咧，却又向来心思敏感，他心里得多难受啊！景隆帝望着前方，没说话，眼眶同样有些泛红。短暂沉默，陈皇后才又悠悠呢喃道：“神明保佑，他终于平安回来了。虽说后宫不得干政，其他的妾身不管，但唯独这孩子，此次拯救万千黎民于水火，免受战乱之苦，护咱大康社稷国祚于存亡，立下如此惊天奇功，自己却吃了这么多苦头。从此以后，妾身就算豁出命去。” 也定得护着他，将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景龙帝一丝苦笑，轻叹：“这狗东西吧，什么都好，可偏偏他做的那些事，每次都能把朕气个半死。别的不说，每次做事从来都不知道先给朕通个气，来个折子打个招呼，自己吭哧吭哧就去搞了。去年寒灾雪灾，他跟太子两人灾情都控制下来了，处理妥当了，他的折子才终于来了。昔日南楚大乱，他都领着岐山驻军把西赵、宋吕两国给灭了，实在缺将士驻防了。” 才终于知道派人来找朕要人手了。这次又是如此，朕还在忙着催促兵部、户部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钱粮、招募将士、驰援丹城之地，结果居雨官都已经一战定胜负了。前线捷报都传到皇宫里了，朕才知道他还暗中调了两千灵州城防司官兵。他这个习惯就非常不好。眉头一皱，不过话说回来，这狗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邪乎。那庆国十多万大军为丹城而不攻，不仅满朝文武。 就连朕都将全部心思放在丹城之地，甚至都有过想法，从居玉关抽调部分将士增援。可他就怎么一眼看出来，那女皇帝真正的战略重点根本是居玉关，还将计就计，一招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把人家给摆了一道。而且这也就罢了，要换做别人被活捉了，那都是吓得屁滚尿流，瑟瑟发抖。他倒好，不声不响，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还顺道娶了个庆国的郡主回来。又一声苦笑。 而且瞧着吧，得知朕的皇帝身份，这狗东西还指不定在背后又把朕给骂了多少遍呢。皇帝与皇帝身后，却是整整齐齐站着足几十名朝中官员，一个个皆身着整洁官服，当然以礼部、兵部官员居多。宰辅陈无香站在官员最前端，与其并肩站着的是司礼监太监总管张三千，双手平举捧着一封圣旨。在紧随其后，宽敞官道上整整齐齐停着足二三十辆规制极高的车架，夹杂其中。 各种不辇玉辇迎风而立，左右两侧更是足几百名身着盔甲、收拾长矛的宫中侍卫，队伍说不出的气派恢宏，令人啧舌。而正中央是六马并驱天子銮驾，官石刘鼎刻金龙，说不出的庄重惹眼。皇帝与皇后率群臣着天子仪仗出城三十里相迎，一时间自然更惹得后方不远处熙熙攘攘的围观百姓交头接耳议论个不停。老夫在京城生活这么多年。 都从没见过皇帝、皇后真言，没想到今天倒是托齐州郡公之福开了眼界啊！回去之后也可以吹嘘，咱好歹也是见过皇帝的人啊！大丈夫当如是也。是啊，别说咱大康朝，哪怕追溯到前朝，何曾听闻过有哪个大臣凯旋归朝，皇帝与皇后亲自出城相迎？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的。谁说不是呢？本公子有朝一日要能有如此光宗耀祖的时候，哪怕死也值了、啊。 更有不少穿的花花绿绿的年轻女子，满面兴奋期待之色。齐州郡公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今天总算能见到真人了啊！好紧张！而且听说那王郡公不但诗写得好，还长得一表人才，俊朗无比，简直能迷死人。呸！瞧你这副少女思春的模样，人家长得再俊朗，跟你有什么关系？瞧瞧人家的几位夫人，要么林州富商的千金，要么朝中大员之女。对，人家三夫人可是堂堂南楚国王。 而且听说现在还娶了个庆国郡主回来，就算要再纳妾，能看得上你？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只听得人群中一声兴奋大喊：“回来了，齐州郡公回来了！”所有人齐刷刷望去，果然只见前方观到远处一座小山丘下，蒙蒙细雨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队人马，阵容算不得庞大，仅仅七八辆华丽马车，左右两侧还护卫着十多名大康侍卫。瞬间，四周一下子热闹起来，呐喊声。 尖叫声此起彼伏，车队行驶得很慢，似乎显得有些风尘仆仆。而此时最中间那辆稍大一些的马车内，王修端坐在中央主位上，正正望着怀里李乐瑶，几分疲惫之下却是满脸如丧考妣。只见这小妞倒是正心安理得，侧着身子坐在他大腿上，一双莲藕般的玉臂还正紧紧搂着他脖子，娇柔的身躯如八爪鱼般彻底蜷缩在他怀里，挂在他身上，脑袋还正死死埋在他肩膀上。 那白皙煞是可爱的粉嘟嘟脸蛋，说不出的恬静，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精致小摇鼻轻皱，倒是睡得正香。不仅搞得他王老爷两腿发麻，胳膊酸痛，最关键的，微微一低头，便能清晰看见这小妞长裙领口那一抹如凝脂的肌肤，挺翘小屁股坐在自己大腿上，传来的阵阵温润、弹性十足感受，再加鼻息之中阵阵女子特有的体香，最要命的，这小妞虽然年纪不大。 可自从大婚之后，成了真正的富人，少了些以往的青涩，却更多了些说不出诱人的妩媚味道。而且这一路上，更是充分发挥着那粘人的劲头，要么就如现在这般窝在他怀里睡觉，要么就搂着他胳膊腻歪个不停。哪个郡公爷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硬是搞得他王老爷一身火燥燥的，兽血沸腾，口干舌燥的厉害。可偏偏这一路行来，连驿站都没经过两所，这也就罢了。关键车厢靠门帘的地方。 还蹲着个齐州郡公，长得果然是威猛无比，两条前腿撑着身子，如门神般蹲在那里，竖着双耳朵，伸长着舌头，就这么盯着他。虽没多少敌意，但也算不得多友好。然而就在这时，却只听得车厢外传来阵阵嘈杂叫喊声，紧跟着马车也似乎慢慢停了下来。李乐瑶总算慢悠悠醒来，睁开惺忪睡眼，扬起小脑袋望他一眼，迷人的脸蛋微微一红。 还不忘吧唧一口，便蜻蜓点水在他嘴巴上亲一口，轻吟出声：“夫君到林州了吗？”却又一阵患得患失，撅着嘴可怜巴巴：“夫君，我突然有些紧张。你说苏姐姐和妍儿姐姐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毕竟我是庆国的郡主。”王老爷又一阵哭笑不得，本想打趣吓唬他两句，却又作罢，只是将他搂在怀里，上下其手好一番怜惜，直将这小妖精折腾得满面潮红，气喘吁吁，都快瘫在他怀里，才总算心满意足了。 可当他掀开香帘，跳下马车，却是一下子呆住了。只见前方官道上，好一片拥挤不堪的热闹景象。那不辇玉辇，车驾与官员，还有威风凛凛的皇宫侍卫，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甚至比起当初初始南楚归来，阵仗还要气派庞大太多。这统统也就罢了。站在最前端，那身着黄黑相间织锦龙袍，胸口绣五爪金龙，气宇轩昂，满身王霸之气的中年男人。 还有那头戴凤冠、身着拖曳的长长的凤袍、端庄而又华贵的妇人，不正是那什么康泰商行大东家赵老哥，还有他那媳妇陈大嫂？王老爷顿时脸色一黑，卧槽！就想不明白了，好歹也是堂堂一国帝王，怎么也跟赵太白那两球货一个德行？亏得老子还隔三差五把他请到家里喝酒吃肉，还搂着人家肩膀高谈阔论什么科技兴国、什么刺激商股发展经济的战略。亏得老子还一度把他当自己人。 还好几次张嘴闭嘴叫嚷什么皇帝不地道，老子跟他就尿不到一个湖里去。亏得老子去年中秋诗会上鬼鬼祟祟去卖诗，还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被官府追查，结果是直接撞到皇帝跟前了。亏得老子还自以为只要一直狗在林州城，不去皇帝跟前晃悠，脑袋就安全很多。结果大爷的早已在作死的边缘疯狂摇摆，停不下来啊！还有那长公主赵兰，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一家子。 都这么会玩吗？这么欺负老子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地主，很有趣吗？还有当初庆国大朝会上，记得那兵部尚书钱正曾提过，说什么临行前圣上说了，将与皇后娘娘执天子仪仗，乘天子銮驾，京城北门三十里外相迎。本还以为只是玩笑话，没想到这两口子还真来了。天子亲自出城相迎，虽然说起来那绝对是光宗耀祖的无上荣耀，可站得越高摔得越痛，这阵仗。 哪个做臣子的感受，倒还挺会选地方。这桃花坪再往前三四里路，便是一条岔路，算是跟京城擦肩而过，便可直接南下回林州了。谁知道这两口子直接在这里等着了。前来相迎的人群中，倒并没有看见赵兰那婆娘的身影。没想到四目相对，景龙帝顿时也是脸色一红，似乎有些尴尬。倒是身旁李乐瑶那小妞，却明显瞬间被眼前这阵仗彻底看傻眼了，瞪大着眼睛。 潭口微张，有点不知所措。而这时，陈皇后却再忍不住了，双目正正望着前方这个男子，身躯颤抖个不停，眼眶泪花更闪烁不停。哪还顾得上皇后威仪？哪还顾得上身后那么多朝臣与百姓看着？当下大步便迎了上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孩子，你果然瘦了，也黑了。此次为了大康的存亡，为了无数百姓不饱受战乱之苦，让你受苦了，让你受委屈了。”慌乱擦拭一下眼角泪水。 目光之中只剩下万千疼惜与宠溺，声音更已是说不出的怆然。没事了，平安回来就好。圣上与本宫来接你回家了。一时间，惹得不仅身后紧随的那群宫娥，就连远处人群中也一阵唏嘘之声。良久，陈皇后似乎情绪才稍微平复一些，却又扭头望向跟前李乐瑶，顺势牵着他的小手，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着。可没想到，却是一反刚才的怆然之色，那神态。 那态度简直就跟绝佳好婆婆打量最喜欢的儿媳妇一般，脸上已是一片温和宠爱。没猜错的话，这便是庆国永宁郡主了吧？不错，不错，果然是个乖巧动人的俊俏丫头，果然是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儿。那小崽子能娶到你，倒也算因祸得福了。而且你的事，为了救这小崽子一命，不惜只身一人独闯大朝会，自污名节，本宫也都听说了，也是个好孩子。从此以后，便是我大康的朝廷命妇了。而且年后。 这小崽子便要来京城上任了，到时候不仅是你，还有婉晴和妍儿那两个丫头，没事都可以多来皇宫走走，陪本宫说说话。这才总算心满意足了，扭过头，只一声吩咐：“张三千，先宣读圣旨吧。”张三千英语自然赶紧上的前来，肥胖身子颤颤巍巍，望向王修，却是一阵谄媚笑意：“王小哥儿，自去年中秋林州使馆一别，咱们又见面了。昔日中秋诗会上，小哥儿初露锋芒头角。” 洋洋洒洒一口气二十五首精妙绝伦的好诗，令奴婢至今也是记忆犹新，仰慕万分。这才短短一年，再次相见，小哥儿更已是名动天下的朝廷古公，真是可喜可贺了。才又终于正了正色，几分小心翼翼之态，所有人目光注视下，揭开手中那蜜蜡密封的长条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封用红色绸带缠绕的圣旨来。看得出来，圣旨的制式规格极高。清了清嗓子，才大声念道：“诏曰：天地仁德。” 海内威家，执北地庆国虎狼之心，欲霸者天下。刀兵操戈，集结三十余万精锐之师，大举南下，攻吴大康虎牢关、居宇关之地，欲犯吴大康疆土于晨昏，欲辱吴大康百姓于水火。然前线战事失利，虎牢关失守，丹城之地危在旦夕。国之危难之际，自有齐州郡公王修顺应天命，精通谋略，出奇兵助吴大康十万大军于居宇关大败来犯之敌，扬吴大康国威。 此乃扶社稷之危亡，救万民于水火，更乃大康立国百年，对外战事从未有过之大捷，盖世之功，日月生辉。至此，振兴甚月特晋封齐州郡公为楚国公，与国万代，食八千户，赏封地八千亩，金两千，上等月段千匹，北地良驹一百。顿了顿，继续朗声道：“庆国齐王之嫡孙，永宁郡主李乐瑶，贤淑温良，恭谦礼让，品貌出众，德才兼备，与楚国公王修。” 天作之合，实属良配，朕心甚慰。兹即已于庆京师梁都大婚盛典，特封李乐尧即为吴大康朝廷三品诰命夫人，三品以下命官行走，无需见礼。洋洋洒洒，倒是念得朗朗上口。王修神色不变，只是认真听着。说实话，已经早已不是第一次接这种晋封犒赏圣旨了，都已经有些麻木了。而至于这晋封国公的赏赐，也算是预料之中。唯独这什么楚国公的封号，倒是有些意外。 毕竟，据他王老爷所知，这大康朝的爵位封赏，什么郡公、县公、侯爵之类，一般情况都会以封地所在地作为封号。可到了国公，甚至王爷之类，就纯属以某一个地域的名称为封号了。诸如这个“楚”字，应该便是指南方靠近南楚一带几个州府所在地了。南楚的国号尚且还是圣武皇帝时期正式成为大康藩属国后，皇帝亲自赐名而来。之所以名为南楚，不就是因为其位于大康楚地之南？当然，自己的封地。 跟这楚地并没有任何关系。道果然不愧是朝廷极为正式的圣旨，措辞语句可谓是极其讲究。至少其中被赵太白那两囚货被困丹城一事就只字不提。毕竟一国楚君却与几万将士被敌军围困，差点被活捉，终究不是什么脸上有光的事。而至于册封李乐瑶这小妞为诰命夫人，也算是情理之中。看得出来，那狗皇帝同样有自己的考量。毕竟…… 大康的国公却迎娶了他国皇室郡主，绝对算是亘古少见之事。毕竟康庆两国又不属于藩属国宗主国关系，两人婚事更不是因为和亲。仅仅李乐瑶这小妞嫁入大康的身份就极其敏感，难免引起朝中大臣非议。可如今册封一个诰命夫人的封号，其一也算是给了这小妞在大康一个正式的身份，彻底堵住朝中的悠悠之口。其二，康庆两国刚刚缔结了和平友好盟约，如今庆国郡主嫁来大康。 朝廷拿出点表示，也算是表达一种世代和平的诚意。然而，同样这时，正当王修神情麻木，都已打算去接过圣旨，早点完活，早点收工回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瞬间一下子脑袋都快炸了。只见张三千手捧着圣旨，居然根本还没完，短暂停顿，嗓音更提高了不少，却是继续念叨，令朕有一女，封号景阳，克宫九孝于归为，生序用光以伦备，秉性端淑，持躬淑慎。” 有徽柔之志，柔民玉德；有安政之美，静正垂仪。值今年腊月，西地草原夏国狼贪虎视，觊觎吴大康西地之沃土钱粮。曹格兴兵，欲借北地晋国大举进犯之际，犯吴大康腹地，扰吴百姓，劫掠钱粮，其心可诛，其国可灭。吴大康举步维艰，危难之际，吴女景阳顺应天命，行正义之师，临阵挂帅，领两万余精锐骑兵出平山关，直击夏国草原腹地。 长途奔袭，深入敌寇，用兵如神，迅疾如电，先后剿灭夏国敌军达十万之众，俘虏夏国左右贤王、部族首领及王公大臣近千，致使草原王庭被迫西迁，战果硕硕，堪称自大康立国对草原夏国前所未有之大捷，可载史册。至此，康庆二国缔结永久和平，草原可汗递交降书之际，朕特开历代之先例，昭告天下：至此废景阳公主封号，改封景阳郡王。 位列从一品，即日起，折景阳郡王班师回朝之日起，起领大都护之职，统领京畿大营各地驻营，尽心拱卫京师安危。另为张天子仁德，为显朝廷宽厚，特赐婚景阳郡王与楚国公，以平妻之身，则有司即日完婚。足足一炷香时间，一封圣旨总算念完了。直到这时，张三千才终于长长松一口气，战战兢兢擦拭一下额头汗珠，笑眯眯望向王修，声音阴柔：“国公爷。” 接旨吧。说起来，国公爷可称得上是千古罕见的福气之人啊。初见国公爷，尚且还是林州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弱书生；再见之时，却已跻身当朝国公。说是位极人臣，也毫不为过呀。当然，这也足以看出圣上与娘娘对国公爷的无上恩宠啊。不仅如此，景阳公主。然而话未出口，却是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哎呦！瞧瞧奴婢这记性，应该改口了。应是景阳郡王殿下。 朝中谁人不知？不但貌若天仙，武艺高强，更是深得圣上宠爱。如今赐婚于国公爷，更可谓是天造地设，天作之合。而且从此以后，国公爷可也算是皇家的人了。奴婢提前恭喜了。于是刹那，在场所有人一下子彻底惊呆了，现场化作一片死寂，再也听不见丝毫声音。远处那绵延熙熙攘攘的围观百姓，一个个全都瞪大着眼睛，直勾勾望着这一幕，已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也不知多久，人群中不知是谁一声尖叫，总算彻底打破平静。顷刻间，场面却又一下子沸腾起来，哄闹声、呐喊声、尖叫声，还有交头接耳的议论声，此起彼伏，都快要将人耳膜震破。天哪，这就晋封当朝国公了？那可是堂堂正二品啊！谁说不是呢？谁人不知咱大康能跻身国公之位的，两个巴掌都数得过来。据老夫所知，这小哥儿刚晋封了郡公爵位。 才多长时间，这又进封国公了？别的不说，年仅二十岁的当朝国公，你们谁听说过？咱都是京城的人，谁不知道国公出门那可是三马并驱的车驾，随行还得有护卫，威风着呢。瞧瞧，你们都瞧瞧，别忘了，这国公爷可是咱林州的判司。就问你们，以后你们这些京城的家伙，谁还敢看不起咱林州人？这算什么？难道你们刚才没听见，陛下还赐婚了？堂堂景阳公主啊！听说这位景阳公主。 可是陛下最宠爱的女儿了，当然谁都知道，按照朝廷礼制，公主是绝对不能下嫁有妇之夫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直接废了公主封号，改封郡王了。女王爷，你们谁见过？不仅如此，人家还领了大都护之职，统管京畿大营，那可是实打实的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啊！谁人不知？那楚国公不但刚娶了庆国的郡主，其中三夫人还是南楚新任国王，眼下又要娶回家这么一个女王爷，当朝大将军。 这以后，大街上还不得横着走路？对，不仅横着走路，吃素米馍馍的时候，哪怕啃一口扔一个，御史台那些监察百官言行的御史，估计都不敢出来吱声，上折子弹劾人家浪费粮食。其中那些花花绿绿的年轻女子，更是一个个尖叫的厉害。啊，不行了，本姑娘这心脏真的不行了。你们都看见了吗？我家王公子真的好俊了，就站在那里，简直就迷死人了。长得这么英俊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写的一首好诗，居然才二十岁就已经是当朝国公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换作谁，心脏能受得了？不行，不行，找机会，本姑娘非得去国公府问一问王公子还要小妾不要，哪怕能跟他说上几句话，这辈子也值了。夹杂其中，倒是不少京城的青年才俊文人世子，一个个羡慕的两眼通红，却又一边说些酸溜溜的话。不就是写诗写得好吗？又打了两场胜仗吗？要换作在下，肯定也能如此。 就是，就是，他们王家只是祖坟葬,葬的好而已，不就是封了个国公吗？咱读书人的梦想，那可是封侯拜相，缺一不可。他官职不还是没升吗？还是个从五品的林州判司。对啊，咱京城中一个砖头扔出去，能砸中两个五品以下的官。这还不算什么，在下可就一点不羡慕他，马上要迎娶公主。我跟你们说，听说那些皇室的公主、皇子什么的，一个个从小娇生惯养，脾气可差了，刁蛮任性的很。 而这位景阳公主还自幼习武，打仗还那么凶，娶这么一个厉害的夫人，以后她能有好日子过？对，在下还曾听说，皇室二公主成婚之后，那驸马可是天天被欺负，听说到现在连公主的房门都没踏进去过，偏偏还不敢去找陛下告状，只能忍气吞声，搞得到现在成婚三四年了，连个子嗣都没有，纳妾又不行，你说窝囊不窝囊？等着瞧吧，这楚国公恐怕也是表面光鲜。 到时候背地里还不知过什么窝囊日子呢！顿时一片哄堂大笑声。一时间，那群随天子出城相迎的礼部、兵部官员，一个个又何尝不是面面相觑，眼珠子瞪得滚圆？那是一种惊为天人的震撼。身为朝廷命官，自是比谁都清楚这国公的爵位意味着什么。别说大康朝，哪怕是千百年来能登上国公之位的，要么是真正开疆拓土、大杀四方的千古名将，要么就是开国之初有着从龙之功。 为社稷、为百姓，当然也为皇权稳固，立下盖世奇功之人。而眼下，因为随着爵位继承会一级一级削减，如今整个大康身上背着国公爵位的，可真是十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啊！要么就是几十年前封王的皇子皇孙，传承并削减下来变成了国公；要么就是当年夺嫡之争时尽心尽责辅佐现今皇帝登上天子宝座，立下大功劳之人，诸如当朝宰辅陈无香，号赵国公。 关键也从未听说，年仅二十岁的国公爷啊！当然，谁也都清楚，别说大康朝，哪怕是前朝，也绝无异姓封王的先例。因此，这国公的爵位已经算是为人臣子能爬上的最巅峰了。就连站在群臣最前方的陈无香，一时间也是动容则舌的厉害。倒是其身后的礼部尚书唐明，一脸笑呵呵的自言自语个不停：“瞧瞧，瞧瞧，老夫就说嘛！” 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说是为大康国祚续命百年也不为过。这小子凯旋归朝，不进封国公，那才是奇了怪了。倒是总算明白了，当初这小子平定南楚之乱，灭西赵、宋吕两国，这般千古奇功，明明封国公都丝毫不为过，为啥陛下才只给了个区区郡公？赏赐之物也给的不高，感情是在这里留了一手，给嫁公主做铺垫呢。唐明啊，唐明，我这辈子最佩服你的就是你的眼光啊，果然没看走眼啊。 王修木头桩子般杵在那里，死死瞪着刚接过手中这封规格极高的圣旨，嘴巴呈欧字形，脸色一阵黑一阵子，只感觉脑瓜子都嗡嗡的响，一片空白。说实话，这什么晋封国公爵位，又是封地又是赏赐的，倒已经无所谓了，都已经麻木了。唯独没料到，那什么景阳公主，老子还真小瞧了那娘们。统领区区两万余精锐猛士，不带辎重粮草，长途奔袭，西出平山关，深入草原夏国腹地，一路披荆斩棘。 不但还真完全达到了战略意图，使得此次大康与庆国的战事彻底免除了西面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更是战功彪炳，斩敌俘虏无数，迫使夏国可汗不得不递交降书，就连祭天的王庭都被迫西迁。这也就意味着此后几十年，西面边境的百姓再也不必担心会被夏国骑兵屡屡,屡侵扰劫掠。这也绝对算是大康自立国至今少见的对外军事行动的巨大胜利。本来按理说， 对那景阳公主的赏赐旨意，废公主封号改封郡王也罢，官拜什么大都护、大将军也罢，自是不能与封赏老子的圣旨写在一起。可因为有赐婚，将两人的赐封旨意写在一起，也就合情合理了。但关键是，那景隆皇帝多少是有点啥大病啊？堂堂一皇帝，居然隐瞒身份，领着一大家子，隔三差五就跑老子府上混吃混喝，这笔账还没跟他算好吧？好像老子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怎么又开始搞乱点鸳鸯谱这一出了？ 当初那郑爷儿的赐婚是如此，紧跟着朱庙与那婆娘和亲也是如此，现在又莫名其妙来个景阳郡王，每次都是这样，也不知道提前给老子来个信函通通气什么的，莫名其妙赐婚的圣旨直接就砸过来了。他这个习惯就非常不好，很不讨人喜欢。这也就罢了，虽说现在老子也已经好几个媳妇了，同样早已经麻木了，一头羊一群羊都是放吗？但更重要的，那可是堂堂的郡王啊！ 爵位只比亲王低一等的女王爷啊，身份可是比老子还高一阶啊！而且别看郡王与公主品阶一样，可在朝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已远不是一个开府建衙的庶出公主所能比拟的了。说白了，朝会之上，太阿殿内是有位置的，而且还在文武百官最前面。就算娶过门，那岂不是以后就算晚上想搂着放松放松，还特么得先躬身行礼，要王爷恩准了才能脱衣服上床？更何况那婆娘到底长啥样，脾气秉性如何？ 暂且不说，可据说自幼习武，而且打起仗来又这么凶残，马上还官拜大都护。狗皇帝哪来的自信，会认为老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小国公爷，能驾驭得了这等彪悍，还身居高位、手握兵权的婆娘？别的不说，仅仅是晚上一个被窝睡得好好的，万一,一不小心惹得人家不高兴了，直接拖出去这个以下犯上大不敬之罪，换谁能受得了？更何况他又不是不知道，老子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和皇室的人扯上关系。 现在好了，老子一直拿他当哥们，他却马上要做老子岳丈了。一时间更只感觉前程一片渺茫，心中气血都翻腾不已。抬头朝前方不远景龙皇帝望去，两人目光再次对视。没想到这狗皇帝竟比他还横，满面寒霜瞪他一眼，随即又将目光瞥向一边，顿时更把他王老爷气得心肝尖尖都在颤。看吧，跟这狗皇帝真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对了，那什么景阳郡王叫啥名字、啊？ 当然，他王老爷倒也能理解，毕竟按照朝廷礼制，无论皇室公主还是郡主之类，为了名节与皇室威仪，靠封旨意以及其他诸多场合，皆需要避开名讳，只提封号。只有宫中史官记录皇帝以及各皇室成员日常的文献，会记录名讳。但是搞得现在莫名其妙多个媳妇，却连人家叫啥都不知道。有机会还得找赵太白那狗东西去打听打听。 只唯独念在老子被困庆国梁都时，那景阳公主还曾率骑兵直接从夏国深入庆国腹地进行武力威慑。当初还琢磨着以后有机会定拎上两瓶花露水去感谢人家一下，现在看来省了，怕是要直接改以身相许了。圣旨既然已宣读完毕，那群宫娥太监迅速捧着国公朝服以及李乐瑶那小妞的诰命夫人朝服，还有封赏的地契礼单之类呈了上来。随天子前来相迎的那群兵部礼部官员。 自然也迅速迎上来，一阵寒暄。什么早就对国公爷大名如雷贯耳，敬仰有加，奈何一直没能一睹真容。今日一见，果然少年英才，风姿卓绝。什么同朝为官，还望国公爷日后多多提携才是啊。其实其中好几个都已经是熟面孔了，就诸如那刚升官不久的礼部右侍郎张渠也混在其中。这个灵魂很有趣的老头，一顿精妙绝伦的溜须拍马之后，又开始抚在他耳边说些诸如京城的青楼。 哪家的姑娘最漂亮？哪家的姑娘最销魂？最会伺候人？他清楚的很。今晚下官做东，定请国公爷好好放松放松之类的话。只奈何国公爷只小声嘀咕了一句，没听见刚才的赐婚旨意吗？景阳郡王，你惹得起不？这货顿时便吓得老脸惨白，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掉，嘴巴瞬间闭得严严实实的。唐明身为礼部尚书，自然也混在其中。 或许因为今日场合特殊的原因，倒是对自家那闺女唐娇的事只字不提，只是简单客套两句，态度也说不上冷淡还是热情。而这时，陈皇后才又走上前来，满面温和笑容，带着命令口吻：“行了，时间也不早了，随陛下与本宫銮驾回大兴城。这一番折腾，你这孩子吃苦了，受累了。而且从梁都到大兴这一路舟车劳顿，也算暂作歇息，刚好也可以陪本宫与陛下说说话。晚上就直接在皇宫住下。” 明天再启程回林州也不迟，到时候本宫吩咐御膳房多做几道好菜，算是给你接风。另外，圣上当初赐给你的那套宅子，你也该去看看了。而且不用担心，本宫早已派人去了林州，将你平安归来的消息告知婉清与怡儿那两个丫头，想必他们也能彻底踏实了。话刚说完，却是径直牵着他的手，大步便朝仪仗正中央那顶刻金龙的天子銮驾走去。瞬间，王老爷却是吓得脸都绿了。我操！ 天子銮驾，那是皇帝参加诸如祭天大典或者隆重出行时御用驾乘，乃至一个轮子一根木梁，雕刻什么纹饰，那都有着严苛到严格的规制，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跑去乘坐的吗？别说越是身居高位，越要谨小慎微。本国公就算再得意忘形，也还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啊！况且啥事没有，跑去京城住一晚上干什么？继续赶路的话，明天上午应该就能到林州了。可没想到，不等他跳起来，赶紧拒绝。 皇后却是眉色一沉，几分没好气瞪着她，一声娇斥：“怎么，还怕陛下与本宫吃了你不成？为国为民立下如此大功，吃了这么多苦，当得起陛下与本宫这份殊荣。本宫倒要看看谁敢说三道四。”果然不愧是母女，倒是跟赵兰那婆娘几分神似。于是乎，王老爷彻底没辙了。很快，浩浩荡荡的天子仪仗，各种车驾不碾玉碾，在一大群宫女太监以及宫中禁军的护卫下，自然调转方向。 缓缓朝京城行去，一时间，不仅那绵延上里水泄不通的百姓，就连那群随行官员也是啧舌惊诧不已。臣子立下破天大功，凯旋归朝时，天子与皇后携百官出城相迎。虽说史书上记载也曾有过先例，却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了。可何曾听闻过皇帝皇后竟然还相邀共成天子銮驾？这已绝对算是开历史之先河啊！这是何等至高无上的殊荣与圣宠啊！不过转念想想。 既然已有皇帝赐婚，马上就要做了皇亲国戚、天子的乘龙快婿，再有如此惊天奇功在身，倒也算不得冒犯天颜。只是此时，那顶刻金龙、气派无比的天子銮驾中，王老爷却是叫苦不迭，如坐针毡。虽不得不承认，无论换做任何人，这辈子能与天子共乘，那绝对都是无与伦比的荣誉。也不得不承认，乖乖也果然不愧是天子御成果然不是寻常那些马车所能比的呀。里面不但出奇的宽敞。 横着躺着，跳起来蹦跶两下都没问题。一应物事更是极为考究奢华。可关键这坐着实在有点烫屁股。啊，这也就罢了，更要命的，车厢内的气氛更是说不出的诡异，让他王老爷脚趾头都能抠出一座加工作坊了。老老实实坐在一侧，讪讪望着斜对面主位上身着龙袍、头戴冠旒、满身帝王威仪的皇帝，硬是脸色一阵黑一阵红。想要说点什么吧，可偏偏还不知道如何开口。说实话，就想不明白了。 这曾经多少次跟他勾肩搭背，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起畅聊诗词歌赋与人生哲学的赵老哥，怎就摇身一变成了手握万千人生杀大权的当朝天子？还亏得老子把他当自己人，还多少次破口大骂训诫人家，不就是举荐无门、科考不中，没能入朝为官，从此就自甘堕落？来嘛，这下谁惹得起？还敢不敢跟人家勾肩搭背？没事还训人家两句了？更出乎意料的，皇帝似乎比他还尴尬。 就那么坐在銮驾龙椅上，不时抬头瞅他两眼，目光一对视吧，似乎老脸还有点发黑，又赶紧扭向一边，顿时反倒让车厢内的气氛变得说不出诡异起来。唯独陈皇后举止端庄娴静，坐在对面，就这么盈盈看着一老一少两人，有些哭笑不得。然而不知过了多久，正当王老爷眼珠子咕噜直转，心中腹诽不已，景龙帝却总算开口，算是从刚才见面到现在跟他说了第一句话：“狗东西。” 你是不是又在心里骂朕脑子有病？噗！刹那间，王老爷眼前一黑，差点直接昏倒在地，脸色瞬间更绿的发紫，惊得后背冷汗都出来了。卧槽，现在的皇帝都这么会察言观色的吗？连这都看出来了？可瞬间哪还顾得了那许多，慌忙摆手：“鸽子，怎么可能？这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哈。”当下眼珠子滚圆，胸膛拍得噔噔的响。我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这辈子最大的念想，那就是能够做一个为百姓奉献、谋福的好官，为鸽子你分忧。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算沦落庆国这段时间，那可也是天天挂念着鸽子啊。满面诚恳，一本正经，舍身为国，身陷险地不可怕，纵然生死亦不可怕。只唯独担心京城的夏天这么热，鸽子你有没有中暑啊？有没有因为担忧前线战士而茶饭不思啊？真的，我对鸽子你一片忠君之心，那是可昭天地、可见日月啊。 你是一直都懂我的。以前虽不知鸽子你的身份，但我对皇帝的一片敬仰、尊重的感情，你深有体会，而且有目共睹的。不信的话，过两天我便写封折子来表达一下我的忠君之心。却奈何，正叫嚷得起劲，景龙帝却更面色一寒，只死死瞪着他，也不说话，双眼隐约有火光在冒。果然还是那个大大的刁民啊！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能把人气死。什么忠君之心可昭天地？什么这辈子最大的念想？ 那就是能做一个为百姓谋福的好官。你什么货色？朕心里会没点数？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是吧？这统统也就罢了，你这一番表露忠心的话，朕就装傻，全当你发自肺腑了。可现在都知道朕的身份了，而且景阳那丫头赐婚的圣旨都下了，朕马上就是你的岳丈了。你张嘴闭嘴，还鸽子鸽子叫着，是不是胆子太大了点？可没想到，不等他说点什么，却见这家伙。 表露一番忠心之后，似乎总算舒坦了，径直直接走过来，一屁股便在他那龙椅扶手上坐下，嘴巴一撇，扭头望着他。对了，老哥，跟你商量个事呗。景龙帝顿时更面色一沉，歪着脑袋死死瞪着他，摆明了压根就不想给他什么好脸色。只见这家伙倒总算正了正色，支支吾吾了半晌，才总算憋出一句可：“老哥，刚才也说过，你是一直都了解我的。我这人虽出身贫门寒士。” 但自幼便胸怀大志，此生最大的梦想便是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直达中枢，用毕生心血与学问为百姓谋福，为社稷分忧。更是深知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当仿天地之德以爱人，当效圣贤之志以成业。腰板挺得笔直，一本正经。特别自从得知老哥你贵为当今天子的身份后，哪怕身陷庆国良都，随时都可能失手益处，可也是日夜都想着能平安归国。 从此入京为官，常伴天子身侧，为老哥鞍前马后，一展宏图。不求闻达于天下，但求不辜负老哥你的一片赏识。景龙帝嘴角猛地一抽，印堂漆黑的发紫，只瞪着他，依然不说话。忽悠，接着忽悠。只见这家伙却又一副难为情模样，但是，但是恐怕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皱着眉头，老脸更微微一红。老哥，你是有所不知，这次为了救太子。 为了解丹城之危，自己却一不留神着了那心狠手辣女皇帝的道，沦为阶下囚。一声悲呼：“老哥，这二十多天我苦啊！那女皇帝换着花样的折磨我，还派一大群禁军把我看管的严严实实的。那些庆国禁军动不动就朝我拔刀子，要砍我脑袋。庆国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更是视我为生仇死敌，不惜一切代价，只想置我于死地。”一边说着，还不忘使劲眨巴眼睛，想要挤出两滴泪水来。 不停的摇着头，满面悲怆凄凉。虽说最终侥幸活了回来，但是，但是我这内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成天生活在惶恐之中。哪怕从凉都这一路回来，都已经进了咱大康的境内，却依然心中恐惧不安，睡觉都常常被噩梦惊醒，就梦到那女暴君张开血盆大口，手持三百斤的大板斧，朝我脑袋狠狠砍过来。吞了吞口水，一脸诚恳。再加上老哥你也知道的，我一直都身子不大好，饭量也下降了很多。 所以恐怕是无法胜任太子伴读一职了，年后也无法到京上任了。实在不行，就让我先在林州判司的任上待着，等慢慢调理好身子，过两年再到京上任。景隆帝依然不说话，只是砂锅大的拳头已经咯咯的响。却见这家伙话锋一转，还有就是那景阳郡王的赐婚，老哥啊，这事你办的还是稍欠考虑啊。虽说从未见过殿下，未能有幸一睹景阳公主殿下的芳容，但是一直心中仰慕的很。 但是现在你也知道的，我都好几个媳妇了。更重要的，听闻殿下武艺高强，而且如今更是官拜大都护、晋爵郡王，那是何等身份尊贵，定是何等气吞山河的威猛之势。而我只会写两首诗，根本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我一个区区从五品灵州判司，一个区区小国公，要是真迎娶一个手握兵权的大将军，一个一品女王爷，老脸涨得通红，半晌才憋出一句：“从此我心里会很自卑的。” 而且，这也不利于我慢慢修复这段时间在庆国受到的心理创伤。虽然我也知道天子一言，言出必行，但是老哥，你还是琢磨琢磨，能不能有啥办法能把赐婚给取消了？实在不行，换一个。于是刹那，景龙帝更气得快吐血。混账东西！果然还是以前那个混账东西啊！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啊！不把朕活生生气死，他是浑身不自在啊！好歹也是快当爹的人了。 已是位高权重的当朝国公了，是哪来的脸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也好意思说什么此生最大的梦想便是能入朝为官，直达中枢？也好意思说什么日夜都想着能入京为官，常伴天子身侧？你看朕会不会信了你的连篇鬼话？就想不明白了，入朝为官，直达中枢，光宗耀祖，那是天下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怎么到这混账跟前，还是这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德性？都已经上任林州判司半年了。 爵位更是一生再生，怎么还是一点胸襟都没有？待在林州一个小小判司职位上干什么？各种新政一推，然后就天天唐府衙里喝酒啃江大骨。入京为官怎么了？朕又不是荒淫无道的暴君，难不成还会无缘无故砍你脑袋不成？这也就罢了。景阳那丫头可是朕最为宠爱的宝贝女儿，虽不是皇后嫡出，但捧在手里怕掉，含在嘴里怕化。就你这混账东西，当初干的那些糟烂破事！ 胆大包天其，其罪当诛。朕没当时就把你五马分尸、剁成肉酱了，你就偷着乐吧。要换做别人，敢对皇室公主做出那般大不敬之事，坟头的草早就三尺深了。奈何朝廷礼制与宗室礼法下，皇室的公主是绝不可能下嫁一个已有两个妻室的臣子的。所以，朕是操碎了心，好不容易才借着这机会将那丫头公主封号废了，改封郡王，也勉强算能名正言顺赐婚给你这恶贼了。再加上你又立下如此大功。 也不至于引起朝廷多大动荡。你倒好，得了便宜还在这卖乖。你当朝廷的圣旨是什么了？可以朝令夕改的吗？还实在不行，换一个。你当朕的女儿是大街上的萝卜青菜，随便你挑啊，看上哪个捡哪个。还有，就你这混账东西，这副犟驴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德行，看着就来气。你以为朕多想做你的岳丈？特别一想起景阳那丫头，以后万一再生出个和你一个德行的小小混账来。 天天跑皇宫来气朕，揪朕的胡子，往朕身上撒尿，朕心里就堵得慌。本来还想趁着眼下无外人，给你说说景阳那丫头的事，你也就彻底明白朕的一片苦心了。得，就这德行，憋着吧。反正算算时间，就今明两日，那丫头也该班师回朝了。而且朕一个做岳父的，对你这狗东西当初干的那些事，实在说不出口，脸上都臊得慌。一时间，皇帝更只气的。 浑身直哆嗦，老脸铁青，都快能刮出几斤寒霜来。可尽管如此，还是强忍冲动，没直接硬邦邦的拳头照着他鼻梁就整过去，或者干脆摁在车厢里拳打脚踢收拾一顿算了。只是双眼喷着火，咬牙切齿挤出一个字：“滚！”咦？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眼珠子滚圆，眉头都快拧成两只麻花。卧槽，本老爷肺腑之言，说的难道不够诚恳吗？ 这皇帝怎么还是油盐不进的？怎么又是一个滚字就打发了？这狗皇帝是不是真没读过多少书，没什么文化？本还想再说两句，然而眼见皇帝依然满脸阴沉，一副要杀人的目光瞪着他，也只得涨红着脸，老老实实回到刚才位置坐下，闭上嘴不说话了。看嘛，就这副专权暴君的德行，谁会那般不知死活，跑京城来当官，成天在他眼皮子底下晃荡，拎着脑袋过日子吗？ 倒是陈皇后端坐对面，看着一老一少又闹了个大黑脸，早已强憋着笑，憋得脸蛋通红。而这时，却只听得外面似乎一下子变得热闹喧哗了许多。王修将銮驾帘子微微撩开一道缝，往外望去，只见果然不出所料，仪仗的队伍已经进了京城。果然不愧是这个国家经济政治中心，宽敞笔直的大街上，好一片车水马龙景象，自然远不是南楚王城燕都以及林州城所能比拟的。两侧商铺九四林立。 甚至比起庆国良都也逊色不了多少，只是毫无疑问，他这个居雨关一战为国立下惊天奇功的英雄人物平安归朝，天子与皇后携百官亲自出城相迎的消息早已在京城人尽皆知。此时大街两侧更是密密麻麻站满了百姓，虽然不至于如想象那般纷纷趴在地上磕头，却也一个个举止恭敬，面若寒碜，不敢大声喧哗。毕竟天子銮驾仪仗经过，谁敢造次？又足足小半个时辰。 銮驾才终于从南门缓缓驶入泰阿宫。自前朝建立，便定都于大兴城。严格算起来，这座皇宫已有着三百多年历史。虽比不得庆国皇宫的金碧辉煌与奢华，却似乎更多了些厚重与庄严巍峨。说实话，什么天子仪仗相迎，本就是对立下大功的臣子一种规格极高的荣誉恩宠，一种形式而已。而他王老爷也没什么心情，真如刚才皇后所言那般，就在皇宫里住下。 虽然皇宫中自然有不少专门的殿落，用于那些出嫁的公主或者外地就藩的皇子皇孙回来时可以居住，但是宫中规矩繁多，乃比得上在外面住着舒坦自在。况且他王老爷在京城中还有一座当初封侯爵时皇帝赐封的宅子，所以最终也只是与李乐瑶那小妞被皇后拽着在德政殿内说了会话，便告辞离开。还好的是，眼见他在宫中待的各种不自在，陈皇后倒也没坚持挽留。可即便如此。 一番折腾，与李乐瑶在两个太监引路下离开太阿宫，也已是临近傍晚。再过不多久，便要宵禁了。或许因为进入秋天，今日又细雨蒙蒙，天色似乎总显得有些昏暗。虽说这还是有生之年第一次来京城，可还好的是，大街上居然还有京城的堪舆图售卖，应该是为方便那些他国行商或者地方官员回京述职吧。尽管只是手绘的，而且很简单，也不一定精准，但聊胜于无。唯独没想到，那皇帝随时板着张脸。 好像老子欠他好几百万两银子似的，出手倒还挺大方。所赏赐那宅子在一条名为青雀街的地方，距离皇宫步行应该也只需要不到半个时辰，算是寸土寸金的好地段。而且从堪舆图上这大兴城的规划来看，那附近一大片住着的恐怕还都是朝廷的勋贵或重臣大员。更令他颇感意外的，也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因为景龙皇帝早就动了这丧尽天良的歪心思，那宅子仅一墙之隔，竟是紧挨着景阳公主府。 只是如今，那公主府恐怕就得改名为景阳郡王府了。这倒令他大跌眼镜。牵着李乐瑶的小妞，大街上漫不经心向前走着，可不知为何，心中却突然想起长公主赵兰。今日城外官道上，还有刚才在皇宫都没有见到她的身影。那婆娘应该也已经知道老子封了国公，还来了京城吧？还有那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砍人，却又酷爱卤肘子的女子。八月十五之约，马上就要到了。 也不知他身在何方，有没有赶来京城？京城东郊二十里外普陀寺下那一棵五百年的黄花树，也不知有没有秋风下叶落枯黄。倒是粉嘟嘟脸继续发扬着那黏人的劲头，兴致极高。被他牵着小手，大街上一边东张西望，到处打量，一边兴奋激动说个不停：“夫君，这就是你们大康京城了，挺热闹的嘛！夫君，你年后真的就要来京城做官了？到时候是不是全家都得搬过来？” 对了，妾身还没见过苏姐姐和妍儿姐姐呢，她们一定长得特别漂亮吧？听说二位姐姐都有了身孕，妾身岂不是马上就要做姨娘了？想一想都好激动。王修顿时有些好笑，也顾不得周围人来人往，将她揽在怀里，都快咬着她耳垂，压低声音：“要不你也努努力，争取早点怀上。”黎乐瑶顿时脸蛋通红，音若蚊虫：“嗯。”然而就在这时，不等他继续调戏这小妞两句，却只听得远处大街一阵喧闹声。 隐约听见有人在喊着些什么：“景阳公主殿下凯旋归朝了！”快让路，让路！出征夏国的将士们打了胜仗回来了。王修顿时一阵诧异，循声望去，便见本就人头攒动的前方远处一下子热闹起来，起哄声、尖叫、呐喊声此起彼伏。无论是素衣粗布的底层平民，或者绫罗绸缎的商贾士绅，百姓们纷纷奔向大街两侧，很快便让出一条道来。除此之外， 更有不少闻讯赶来的百姓，满面激动感怀之色，如洪水般涌了过来。随着气氛越来越热烈，片刻间功夫，不仅前方大街，就连王老爷二人所处的位置两侧，也早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毫无疑问，争先恐后都想要一睹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将士们的风采。毕竟，尽管这支仅有两万多人的精锐骑兵，并没有正面参与到此前与庆国那场惨烈的战事中去，但是意义重大，至少先发制人。 算是牢牢牵制住了草原夏国的上十万骑兵，没有使大康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绝境。更何况，草原夏国虽并没有多少适合耕种粮食的土地，主要以游牧为主，国力人丁自不能与大康比拟。但游牧民族的天性尤其善骑射与骑兵机动作战，上百年来皆是屡屡小股骑兵闪电偷袭作战，神出鬼没，大肆劫掠钱粮与百姓。可往往不等大康调兵前往迎敌，却又迅速退入草原腹地，实在令大康朝廷。 深受其扰，苦不堪言。而此战虽不至于灭齐国，却也算是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令草原夏国伤筋动骨，损兵折将严重，不得不递交降书。祭天的王庭被迫西迁，这已足以为大康西面边境的百姓换来几十年的安宁。王老爷本来也想领着李乐瑶使劲往人群前端挤一挤，不为其他，只为看能不能有机会隔着老远瞅一瞅那娘们到底长啥样。眼下这赐婚的旨意都下了，退也退不掉。 想说服狗皇帝想办法换一个吧，还惹来一声骂，还偏偏连自家媳妇长啥样都不知道，实在有点憋屈。更重要的，恍然想起，记得好像狗皇帝还是赵太白，好像提过一句，那什么景阳公主生母好像是宫中陈贵妃，乃是陈虎的表妹。再想想陈虎那壮得跟头狗熊似的体格，总感觉心里有点慌。却奈何实在有点小瞧了京城中百姓迎接凯旋归朝的英雄的热情，硬是没能挤到前面去。 随着人潮越来越多，反倒被挤到了人群最后面。这才恍然发现，这大康朝的百姓似乎向来对保家卫国、浴血疆场的热血男儿，皆有着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敬重。这让他倒一阵感慨。或许这才是这个国家，哪怕是经历了先帝时期那般内忧外患、举步维艰的至暗时刻，却依然还能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吧。而正当他心中胡思乱想，前方更人声鼎沸，一下子热闹起来。踮起脚尖，才隐约可见。 前方远处大街中央，正缓缓行来一大队将士，一眼望不到头，浩浩荡荡，皆骑着战马，身着大康军队特制的银灰色盔甲，头戴圆盔。果然不愧是精挑细选的骁勇善战的猛士，一个个威风凛凛，满身皆是久经沙场的肃杀气息。可尽管如此，依然丝毫掩盖不住长达大半年的长途奔袭作战，疲惫不堪，风尘仆仆。夹杂其中更有不少人，或者身上缠着绷带，甚至已是缺胳膊少腿。 不知为何，却更让这凯旋归来、本应昂首挺胸、意气风华的队伍显得有些莫名悲壮。一时间，周围水泄不通的百姓，除了喝彩呐喊，更一阵唏嘘感慨。毕竟，足足两万多精锐猛士出关西征，在归来时却只剩下了一万五左右，甚至多少男儿已是残疾之身，终究有些英雄悲歌的味道。此番出征虽大获全胜，可终究还有着足足大几千铮铮男儿，就那么永远留在了广袤草原，甚至连一抔遮体的黄土都没有。 因此，甚至不少妇人人群中忍不住掩面，阵阵呜咽抽泣。王修倒是没工夫感慨这些，朝着前方那浩浩荡荡路过的将士使劲张望，倒是从队伍靠前方位置发现几个盔甲头领，志士都颇高的，至少应该也是千夫长甚至校尉级别的了。却奈何隔着实在太远，在家细雨蒙蒙，天色昏暗，一个个又都戴着遮脸的头盔，瞅了半天，别说瞧清楚人家长相，硬是连其中哪个是娘们都没看出来。 没想到李乐瑶这小妞居然比他还好奇。本来个子就不高，踮起脚尖，鼓着大眼睛，使劲张望的模样，本就几分狼狈滑稽，偏偏嘴里还念叨个不停：“夫君，你看清楚谁是那景阳郡王了吗？”“哇，他真的好厉害！一个女儿身，居然挂帅出征，还打了个大胜仗。我们庆国虽然也有女子在军营任职的，但还没听说过谁挂帅出征的。对了，你说那郡王姐姐打仗这么厉害？” 又手握兵权，脾气会不会很古怪，凶巴巴的，难以亲近啊？毕竟人家现在可是朝廷郡王，爵位比你高，官位也比你高。王修顿时哭笑不得，却又无言以对，可最终也只得放弃。照着看鱼图，领着这小妞到达青雀街，皇帝所赏赐的那套宅子时，都已是夜幕降临。然而刚到达宅子门口，却一下子怔住了。只见这宅子果然如当初那主事太监张景所言，说不出的气派华贵。 朱红色的高深院墙从两侧笔直伸展开，一眼望不到头。虽然瞧不见里面光景，但是越过厚重高深院墙，却也隐约能看见里面应是重重院落、亭台楼阁、花鸟水榭，应有尽有。至少无论是所占地面积大小，或是奢华考究程度，都绝非他王老爷位于林州那宅子所能比拟。哪怕是在这一片勋贵重臣云集的区域，也绝对算得上豪门大宅，令人有些啧舌。倒还真没想到。 别看那景龙皇帝随时黑着一张脸，好像有人欠他银子似的，出手倒还真不是一般的阔绰大方。不仅如此，眼前更好一片热闹景象。只见此时府邸大门口，一大群穿着青衫方帽的小厮下人正在忙碌个不停，一窝蜂堵在那里，正忙着将一块写着鎏金大字“楚国公府”的巨大牌匾往那扇朱红色、皆是气派无比的大同门上方挂。因为按照朝中规制，朝廷勋贵的府邸不仅大门门楣高低样式。 甚至包括上方各种雕刻的纹路、沿尖顶刻样式之类，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所以，更有几个府上匠人在忙着修整更换。除此之外，台阶下面还站着一个身着素色长袍的老头，嘴里大声嚷嚷个不停：“左边一点，对对，左边再来一点。哎呦，小祖宗位，你轻点，轻点。那顶刻花檐可是朝廷刚送来的，要是被你掉地上弄坏了，怪罪下来，你有几颗脑袋够砍？刚才宫中还派人来说了。” 国公爷今晚就得下榻府上了，眼见天都黑了，结果连门匾都还没换好。秋菊，府上大小角落，哪怕是个砖头缝，都打扫干净了吗？国公爷的卧房都收拾妥当了吗？另外，今天随国公爷一起过来的还有四夫人，你们都记住了，咱这位四主母，那可是庆国堂堂郡主，这位主母可是出身庆国皇室，也不知道府上备的各种物事能不能看得上，所以记住了，啥东西都多备着些。还有，吩咐厨娘。 晚饭也多做些口味，否则主子怪罪下来，咱吃不了兜着走。笑笑说：“大家都打起精神，咱伺候的可是当朝国公爷，就算出去说起来，也脸上有光不是？”约莫五十多岁的年纪，身材略显瘦弱，须发皆白，却看着说不出的精明。如果没猜错，应该便是府上管家了。不仅如此，大门口那宽敞的白玉台阶下面一侧，还正站着一个青年男子。 自从当初阳春三月，他王老爷作为朝廷的吊唁使臣前往南楚，而这个狗东西前往北方前线，一别至今已是好几个月没见。或许前线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生活艰辛；，也许被庆国大军围困丹城，吓得内分泌失调，比以往看着瘦了些、黑了些。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这狗东西一身锦绣华服，一边摇晃手中折扇，一边翘着尾巴四十五度角望天，那副欠抽德性，还一边逮着两个穿着淡绿长裙的俊俏丫鬟。 在那叨叨个不停，瞧你们这两妹子，新来的，怎么一点都不懂事？都跟你们说多少遍了，本王跟你们国公爷那可是过命的兄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在林州府，咱好歹也是福寿大街打过架，林州使馆装过笔，凤来楼里听过曲儿的。当然，这些统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马上还要做本王的妹夫了，以后就亲上加亲了。所以等年后，你家老爷来京城上任了，他在府上藏什么好酒啊？ 藏什么？自己做的卤肘子、酱牛肉之类啊！你们都眼尖着点，把藏的位置记好了，再偷偷告诉本王。都记住没有？否则到时候本王让景阳郡王狠狠收拾你们。笑傲文学，告诉你们，我那景阳妹子脾气可凶着呢，发起火来连本王都怕。陈静素色如山，头戴纶巾，手里拿一本《孝道论》，摇头晃脑附和：“太白兄所言极是。”景阳公主，哦不，景阳郡王殿下脾气可凶了，小时候我都被他揍了好多次。 程虎那憨货从来如此，只知道在那憨憨的乐。只奈何，任凭说的天花乱坠，两个妹子压根就不想搭理这几副颜色。刹那间，王修却是气得够呛，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铁青，瞪着这几个狗东西，双目直喷火。哟呵，老子没去找他们算账，居然还有胆子自己送上门来了！大爷的，小瞧了这仨狗东西，嘴巴硬是闭得严实啊！暂且不说之前。 仅仅上任林州判司那两月，几乎天天厮混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硬是只字不提。那康泰商行大东家赵吉，压根就是当今天子啊！搞得老子还一直像个傻叉一样，时不时跟人家勾肩搭背，高谈阔论，在作死的边缘疯狂摇摆，还时不时心安理得就躺在当朝长公主大腿上，使唤人家给自己头部按摩，还色胆包天打起了人家的歪心思。这特么也叫过命的兄弟！早知如此，当初丹城之围…… 老子就不该多管闲事，就该天天在家睡大觉，大不了到时候多给他烧点黄纸，也不枉塑料兄弟一场。没想到这时赵太白倒是眼尖，瞬间便看见了他，一下子来了精神，扯开嗓门：“哟，王兄回来了！”拔腿便迎了上来，搂着他肩膀，已是一脸灿烂的笑：“王兄，好久不见，风采依旧啊！还说不出的激动，本王都在这等你好久了。自王兄翠屏山下落难……” 本王那可是天天惦记着王兄的安危，茶不思饭不想。本来今天也打算随着銮驾前去桃花坪，亲自迎接王兄凯旋归朝的。随即又脸色一红，只奈何王兄你也知道的，这次本王被围困丹城，实在觉得有点丢脸，实在不好意思往那么多百姓跟前凑热闹。却又脑袋一扬，一个劲撺掇。不过不重要，走走，到你府上去。你一会儿下厨多做几道好菜，什么卤肘子、啊、酱大骨啊，再把你府上的好酒拿出来。 咱兄弟几个好好喝点，不醉不归，给你接风洗尘。哦，对了，隔壁不就是我那锦阳妹子的王府吗？听说她刚也凯旋回京了，应该先去了宫中面圣。你见着她了吗？刹那间，王老爷更气得想吐血，瞪着他，砂锅大的拳头已是饥渴难耐。卧槽，牛皮呀、啊！去老子府上，老子下厨，老子备酒，给老子接风洗尘。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啊！还有。 居然也知道自己身为储君，这次跑去前线亲自督战，结果不但丢了虎牢关，还反倒被人家围困丹城，是件很废物、很丢脸的事啊！哟呵，小太子有所成长啊！那老管家哪敢丝毫迟疑，自然赶紧领着那群丫鬟下人，还有门口那一大群护院，停下手中的活，上的前来，毕恭毕敬行礼，见过国公爷，见过四夫人。直到这时，王修才得知，其实当初自封兰平县侯爵位时，皇帝赏下这一大座宅子。 自然也是丫鬟、仆役、护院，包括管家，配备的一应俱全。只是到了两个月前，因为毕竟府上一应下人皆是皇宫赏赐派来的，担心他王老爷心中芥蒂，住着不舒服，长公主赵兰才自作主张，几乎将府上的人都换了个遍。不仅丫鬟仆役，就连管家账房，几乎全都换掉了。至于这老头，名为钱中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不仅他自己，包括府上几个账房与管事，以前都是康泰商行旗下几家铺面的执事、掌柜、账房之类。 也算是跟在赵兰那婆娘手下多少年，忠心耿耿，绝对信得过的老人。这才恍然记得，当初在庆国梁都时，那婆娘便曾跟他提起过，隔三差五会来他位于京城这套宅子看看，也自作主张已经替他换掉了府上不少不适用之人。只是当时并没放在心上，这让王老爷倒是一阵唏嘘。虽说哪怕直到现在，一想起那婆娘，实乃皇室嫡长公主。 心中总感觉有些不是滋味，但他安排的人手，他自然也就绝对信得过。而且据他所知，虽然至今他还一次都没来过，但府上的一应开支，包括朝廷赏赐的封地收租的收入，所有大的账册目前也都是那婆娘在打理代管着。唯一有些拿捏不准，明日一早启程返回林州时，是否应该去静安街长公主府登门拜访一下，也算道个谢。没想到这时赵太白那两球货反倒还更来劲了，望向一旁李乐瑶，举止倒是一本正经。 拱手一失礼，这便是庆国永宁郡主了。本王赵成，别号赵太白，乃是王兄过命的兄弟，给弟妹见礼了。可紧跟着便是一脸贼眉鼠眼的贱笑，脑袋凑过来，压低声音：“哟呵，王兄，你可以啊！短短几个月不见，不但灭了西赵、宋吕两国，开疆拓土，还顺便把自家媳妇扶上了南楚王位。”瞪大着眼睛，这也就罢了。同样是去虎牢关前线，同样都身陷险境，可凭什么？本王就是被困在丹城。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天天和将士们一起吃糠咽菜，饿肚子。而王兄你，你被活捉去了凉都，不但脑袋完好无损，还这么短的时间，顺道拐了个堂堂庆国郡主回来。瞧瞧，弟妹不但娇滴滴小美人一个，而且一看就是旺夫的相。王兄果然不是一般人啊！陈静、陈湖脑袋同样凑了过来。陈静一脸羡慕敬佩，王兄，恭喜恭喜！陈湖反射弧似乎比以往更长了些，傻愣愣询问。 听说表妹班师回朝了，你见到她了吗？笑傲文学，却奈何王老爷依然不说话，只铁青着脸瞪着这三副颜色，双目在喷火。于是乎，赵太白终于有些蔫了，哪还有刚才那副翘着尾巴的欠抽德行？善善望着他那已经扬在半空、哥哥只想砂锅大的拳头，吓得一个哆嗦，瞬间更是脸都绿了，猛地一把抱住他胳膊，说话都哆嗦：“咦，王兄，你这什么意思？咱兄弟久别重逢。” 不是应该把酒言欢，互述思念之情的吗？你怎么能这样呢？快把拳头放下！快放下！一跺脚，好吧，不就是关于康泰商行大东家赵吉，根本就是我爹，没有告诉你吗？眼珠子咕噜直转。本王记得，当初你得知本王东宫太子身份，乌鸡巷那院子里，拎着铁锹一天碾我几遍，心中疑神疑鬼，问过本王无数次，说那康泰商行大东家赵吉看着气质不一般，又姓赵，会不会也跟本王一样隐姓埋名？ 压根就是朝廷什么尚书啊、侍郎之类的大官，我也跟你说过无数次，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的。那赵几绝对不可能是朝廷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本王骗你了吗？况且你自己也找人在京城商律司衙门查过，就问你康泰商行大东家是不是叫赵几？只是你也没问我康泰商行会不会是皇室产业啊？吞了吞口水，却又面色一横。还有关于我姐，本王也没骗你啊，就问你她是不是赵几的女儿？ 是不是康泰商行幕后掌权之人？脑袋一昂，一拍胸脯：“我从没骗过你吧？我怎么会骗你呢？你说对不对？况且这些都是小事，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况且咱们不但是兄弟，林州使馆一起装过笔的那种，互相被对方高尚的品行与高雅的志趣所吸引的那种。以后你还是本王的妹夫了，是一家人了，感情怎么能说破裂就破裂呢？友谊的小船怎能说翻就翻呢？而且明天咱兄弟几个都要去林州了。” 以后又可以天天一起喝酒吃肉了，岂不快哉？所以，快放下你的拳头，停止你脑袋那些危险的想法。眼见他依然一副要杀人的阴沉模样，更是惨绿着脸，左瞅瞅，右瞅瞅，一跺脚。对了，为了补偿，你还不知道我那锦阳妹子是谁吧？我给你讲一讲关于我那锦阳妹子的事，你总能消消气了吧？于是刹那，王老爷更气得快吐血，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攥着拳头。 手臂青筋都已条条暴起，大爷的，天天在老子府上混吃混喝，饭钱没给过一文，却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瞒了老子这么久，他还有理了是吧？说到底还是老子的错喽。这也就罢了，被你那混账不孝爹莫名其妙就给赐婚的女王爷来，老子现在还脑袋一团懵，他还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还更来劲了。当下更心肝尖尖都在颤，气急败坏一声骂：“姓赵的，你完了！真的，从此以后。” 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今天不整死你，你当本老爷是蹲着撒尿的？先算咱俩之间的账，少往景阳郡王身上扯，也少来吓唬老子。不就是个女王爷吗？不就是个手握军权的女将军吗？过了门不照样还是老子婆娘？老子倒想看看，多大根乌梢蛇炖不烂，他还能翻了天不成？脾气再暴躁，老子就不信了，他还敢不遵从夫为妇纲，还敢不老老实实给老子生儿育女？ 然而，同样就在这时，被这狗东西气得脑子发胀，破口大骂的正起劲，却那般突如其来。只听得身后一声女子杀气腾腾的娇喝：“臭流氓，你想死就明说，本王现在就剁了你！”与此同时，叮的一声脆响，根本连反应都来不及，肩膀上已经架着一柄青铜长剑，那锋利闪着寒光的剑尖还在他眼皮子底下微微发抖。纵然久违了，可画面依然还是那般熟悉，只是这一次。 王修却没有丝毫慌张，相反，心中猛的一个激灵，一阵从未有过的狂喜袭来，竟让他整个人都彻底呆住了。犹记得第一次见到这女子时，林州城大街上万分危急惊险之下，他出手相救。可混乱情急之中，他反手一抓，就是这一柄青铜长剑，迅疾如风，便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是那般英姿飒爽，宛若十不杀一人的女侠，令人生畏。在见到她时， 当初自己位于乌鸡巷那简陋小院中，一顿猛如虎的骚操作，终于逮着了那个隔三差五就潜入家中偷卤肘子的小毛贼，被机关陷阱五花大绑的无法动弹，手里还攥着一根刚刚得手的卤肘子，气得暴跳如雷，却又那般憨傻可爱。再到后来，他做了他的侍卫，被他天天言语调侃欺负着，看着他明明恨不得将自己扒皮抽筋，却又偏偏拿他无可奈何的模样，竟是那般其乐无穷。他教他骑马，他教他骑自行车。 只是最终谁也没有把对方教会。还有那一夜，两人无休无止的疯狂之后，他与他之间的约定：京城东郊二十里外有一座信陀寺，山下有一棵五百年的黄花树。明年八月十五，便是我遇见你这冤家整整一年。到那一天，你在那儿等我。若是此生你我有缘，我自会前来见你。从此我便风风光光嫁给你，哪怕你不喜欢我，这辈子也赖定你了。若是那一天…… 过了子时，我还未来，你便彻底忘了我，就当这辈子从未遇见我，也更不要去寻我。大半年来，这一幅幅画面屡屡想起，依然历历在目。这一刻，竟让他王老爷有些不敢置信，只感觉呼吸都快停顿。不知为何，甚至都有些不敢转过头来，竟然有些害怕，这只是一场幻觉。而此时跟前正脑袋乌泱泱凑在一起，这三幅颜色又何尝不是惊得一塌糊涂？赵太白差点原地蹦了起来。 一个战术性后撤，眼珠子瞪得滚圆，善善望着他身后，吞了吞口水，老脸瞬间涨得一片通红。妹子，其实刚才王兄那番话，本王是不敢苟同的。本王也不明白，他脑子里为何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什么把你娶过门了，还要天天把你吊起来打，狠狠的折磨你，还要让你天天乖乖给他洗衣做饭、端茶递水之类的。脑袋一昂，不过放心，本王定会好好劝导于他，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陈静如见到洪水猛兽，脸色瞬间一片煞白，手中《孝道论》掉在地上，身子赶紧往后缩了缩，声音有点发抖：“赵兄，赵兄所言极是，在下其实是羞与王兄为伍的。况且，况且圣人有云，君为臣纲，其次才是夫为妇纲。他怎能生出如此危险的想法来？”陈虎的反应足足慢了一拍，左瞅瞅，右瞧瞧，半晌才憋出一句：“王兄，你应该是可能要被活生生打死了，而且……” 好像也不用等什么两年侍卫期满了，唯独李乐瑶明显摸不清状况，一脸如临大敌。不知过了多久，王老爷才总算稍微回过神来。尽管如此，依然只感觉心脏扑腾扑腾跳得厉害。终于讪讪扭过头来，可刹那间，眼前的景象却又让他瞬间震惊当场。只见此时身后正立着一高头大马，马背上正坐着一女子，白皙精致的脸蛋，长期练舞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那双修长的大腿。 还有胸前那无比惹眼的高耸饱满，火辣的身段依然那般勾人犯罪。葱段玉手紧握那一柄青铜长剑，不歪不斜架在自己脖子上。只是近一年不见，更多了些成熟性感，如花娇艳的容颜，更多了些英气与霸道。可真正令他瞬间惊得一塌糊涂的，却是只见女子却是身着一套黄黑相间的锦袍，胸前与领口纹金丝，绣黑色蟒纹，腰间系一条宽宽的黑色蟒带，头戴象征身份的玉珠，高坐马背。 贵气逼人的威严之下，更带着一种横扫千军的威猛气场。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嘴巴张得老大，硬是大脑都嗡嗡的响。一时间，却哪还猜测不到这到底都什么情况？卧槽！老子当初到底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摇摆了多少次啊？脖子上这颗脑袋到底是怎么稀里糊涂保留到现在的？绝对是人类历史一大奇迹呀、啊！只是此时，正正望着这个女子那张依然娇艳动人的脸蛋。 望着他那一身端庄威严的郡王王袍，或许连他自己都颇感意外，心中并没有丝毫恼羞或者丝毫失望烦躁。相反，不知为何，鼻息之中一阵深入骨髓的酸楚袭来，视线突然变得有些模糊。纵然脑子再笨，这一刻如何再不清楚这个女子为何要与他立下那八月十五之约？更不敢想象。 这大半年来，在那广袤一望无际而又强敌环视的草原上，马不停蹄的长途奔袭作战，一次又一次的率军冲锋陷阵，这个女人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而此时，朦胧夜色下，女子依然手握长剑，英姿飒爽，倒是故作一番恼羞运色，那架势倒是与当初如出一辙，似乎就要手起刀落，将她大卸八块。只是尽管如此，却终究少了杀气腾腾气势，更多了几分俏皮娇憨。 不知不觉，似乎终于憋不出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明艳动人的脸上笑得那么甜，笑得那么美，如千树万树梨花开，又如这个略显萧索的初秋，春风拂面。只隐约间，眼角似乎有泪花在闪烁。叮的一声，长剑归鞘。没好气瞪他一眼，瞧把你吓的。目光盈盈，纵有万千思念，纵有太多久别重逢的欣喜甜蜜，却又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只一声娇喝：“上马！” 刹那，王修脸都绿了。这么高的马背，老子怎么爬得上去？还有，这都天黑了，干什么去？没想到，不等他说话，女子却又没好气一瞪眼：“怎么，害怕本郡王把你带到荒郊野外乱刀砍死？当初不是胆子大得很吗？成天叫嚷着要好好调教本姑娘吗？还叫嚷着要让本姑娘给你生十个八个儿子，天天打着玩吗？记得那时候不是还嚣张得很，叫嚷什么？我爹要是敢不同意咱们的婚事，你就上门去弄他吗？” 哎呦，不得了！堂堂当朝侯爷，还有太子伴读的官职在身，想把我爹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现在知道怕了，却依然那般彪悍霸气。只是一弯腰，抓住他的胳膊，便将他拽上了马背，又凶巴巴一声骂：“把我抱紧了！都大半年了，居然还没学会骑马！”王老爷坐在马背后面，死死搂着他那柔软腰身，更是吓得老脸惨绿。“你这傻婆娘，小点声！这些话要是传到你爹耳朵里，你就等着守寡吧。” 紧随其后，马匹便驮着两人朝前方疾驰而去，只留下赵太白与陈静、陈虎三颗脑袋乌泱泱凑在一起。你瞧我，我瞧你。半晌，一声呢喃：“完了，今晚没酒喝了，没将大骨啃了。”陈静脑袋使劲缩了缩，啧舌：“刚才吓死我了！打了仗回来，殿下好像比以前更彪悍了。”陈虎一脸惆怅：“王兄，不会真的要被抛尸荒野吧？信陀寺算不得什么知名的大寺院，相反。” 只是一座简陋的小寺庙，位于凤梧山的山顶，里面也只有区区二十多个修行的僧人。可或许因为周围景色优美，而且距离京城颇近，因此这里反倒成了京城年轻男女们踏青出游之余，热衷于前来求子求姻缘之地。而且据说还特灵验。座座青石板台阶设计而上，半山腰一大片空旷之地，果然有一棵几百年的大黄花树，树干粗壮的好几人合抱都抱不过来。上才初秋，树叶尚未枯黄凋落。 密不透风、遮天蔽日的树枝树干上，早密密麻麻挂满了善男信女们许愿求得一个如意伴侣的信牌红绸。夜幕早已降临，浓密夜色下，山上自然早已没了人影，只有山顶隐约传来几下晚课的钟声，洪亮悠扬。而此时，王修一屁股坐在大黄花树下那宽阔台阶上，讪讪瞪着身边这穿着蟒纹织锦王袍的女子，脸色却是漆黑一片。大爷的，这婆娘有点毛病啊！好端端的发什么神经？ 大半年不见，一见面就又是拔剑就往老子脖子上架，也就罢了。这一路上骑着马，要不是老子坐在后面把他搂得紧，好几次都差点摔死，也就罢了。这大晚上的，本来又是个阴雨天，把老子带到这鬼影子都没一个的荒郊野外搞毛啊！这半山腰，山风吹着，冷得打摆子。这月黑风高夜的，俗话说小别胜新婚，这都大半年没见，咱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先整两杯小酒酝酿酝酿,酿气氛，再干点该干的事。 不好吗？被窝里不暖和吗？最重要的，这个曾经天天被老子欺负找乐子，屡屡被气得暴跳如雷，而且老子人生的第一个女人，怎就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女王爷了？位列一品郡王，手握兵权，统领经济大营近十万驻军，朝堂之上那是何等位尊居显。哪怕年后老子真进京上任，太阿殿朝会上，他站前面，老子还只能在后面挤在人群中，而且公开场合见着，按照礼制还得给他行礼。 老子不要面子的吗？这让老子真的会很自卑的，却奈何任凭他哭丧着脸、愤愤不平的厉害，赵婉却根本一脸凶巴巴表情，故作几分愠怒之色，又满是身为当朝郡王的威严霸道，一瞪眼盯着本王看了大半天了，怎么不认识了？还有见着当朝郡王也不知赶紧行礼，信不信本王马上治你个大不敬之罪？笑笑说，王老爷嘴角一抽，气得够呛，这婆娘。 蹬鼻子上眼了是吧？然而，只见这婆娘仰着脑袋，阴阳怪气。某些人不得了啊！才大半年不见，不但已经从县侯爵位一路飙升成了当朝国公，还成南楚圣王、庆国郡马。瞧瞧刚才那庆国郡主，啧啧，不但看着果然娇滴滴小美人胚子一个，而且刚才那副如临大敌、誓死也要护着某个臭流氓的样子，哟，果然还是恩爱小夫妻呢。王老爷垮着一张脸，不想说话。 可没想到，这婆娘反的还更来劲了，依然板着一张脸。这里没有外人，记得刚才某人可是趾高气扬的叫嚷着：“不就是个女王爷吗？娶过门不照样是老子婆娘？”还扯开嗓门叫嚣，就不信了，他还敢不遵从夫为妇纲，敢不老老实实给老子生儿育女、端茶递水？脑袋一昂，来吧，现在当着本王的面，详细讲讲什么叫夫为妇纲。你于,于是刹那，王老爷更气得快吐血，脸色铁青，牙根咯咯直响。 我操，这婆娘还来劲了是吧？不就是刚才跟赵太白那两球或鸡飞狗跳的时候，顺带着骂了她两句吗？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当下再也忍不住了，咬牙切齿一声骂：“憨婆娘，没完了是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吧？”一时间更气急败坏的厉害。况且老子说的有问题吗？很有问题吗？就问你，手握军权的女王爷又怎么了？昔日的皇室公主又怎么了？娶过门是不是老子的婆娘？ 大半年不见，脾气还是一点没收敛，还是一动不动就拔剑往老子脖子上比划。还没跟你好好说刀，说道，又在这凶巴巴吓唬谁呢？就你这个样子，除了老子，这世上谁敢娶你？得，你也别瞪眼。记得当初老子就说过，把你娶回家后，以后有的是时间，好好调教一个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出来。而且还说过，这辈子铁定让你给老子生十个八个儿子的，天天打着玩。你知道的，我这人一向口碑贼好，惹毛了，信不信今晚？ 老子就把计划提上日程。有有，你这什么脸色？急了？不服气？来，拔剑砍我吗，王爷？你看老子会不会吭一声？会不会抱着你大腿求饶？只奈何正骂得起劲，只瞅了一眼他那王袍上的蟒纹，还有腰间那柄长剑，却又一个哆嗦，闭上嘴不说话了。可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又让他一下子愣住了。只见这婆娘倒是被他一顿骂，气得娇躯微颤。 又跟往常如出一辙，那叫一个恼羞交加，杀气腾腾，瞪着他，性目寒气凌人，一声娇骂，又想找死了是吧？可话音未落，却又似乎再憋不出了，扑哧一声娇笑，那娇艳动人的脸蛋更已是一片醉人红晕，清脆出声：“臭流氓，谁要给你生那么多？还有，谁今晚今晚要跟你？”王老爷有点愣，没想到，紧跟着却见这女子更是满面娇羞，又略带几分不甘。 红着脸，气呼呼朝他一撇嘴，咬牙切齿。现在也知道怕了，活该！谁让你这流氓？当初大街上，本姑娘那般惊险的情况下救你一命，你那狗爪子居然胆敢！还有，本姑娘那么辛苦，天天中保护你安全，不就是偶尔偷吃一根卤肘子吗？况且你倒好，居然还那般无耻，在厨房偷偷设机关陷阱，让我在太子哥哥和表兄面前丢尽了脸，居然还敢威胁要把本姑娘交给刑律司衙门，从此以后。 天天欺负本姑娘也就罢了。大婚那天晚上，虽然虽然是本姑娘喝醉了，一时冲动主动招惹你，可你竟然胆敢胆敢那样对我！没好气一声娇嗔，这些也就罢了。自从接到班师回朝的天子诏令，为了早点见到你这冤家，本姑娘可是马不停蹄就往回赶。得知你在京城中入宫面圣之后，更是连去给皇后娘娘请安都来不及，便快马加鞭来寻你。结果一见着，就听见你这恶贼在那说些气人的话。 还是跟以前一点没变，就知道欺负本姑娘。与此同时，却又咬了咬牙，虽是说不出的娇羞，却又那般自然，挪了挪身子，缓缓在她大腿上坐下，一瞪眼，几分命令口吻：“臭流氓，抱着我！”其实我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和你说会话。王老爷又是一怔，可那又丝毫迟疑，自然顺势便将他揽在怀里，让他那丰满挺翘臀部坐在自己腿上，双手紧紧环着他的小蛮腰。于是乎。 赵婉一下子心满意足了，哪还有以往那暴躁、杀气腾腾模样？哪还有刚才那威猛霸道气势？只是顺势将娇躯往他怀里使劲挤了挤，脑袋轻轻靠在他肩膀上。然而不知为何，几分久别重逢的甜蜜之下，似乎又些许感怀，眼眶隐约有些湿润。半晌，才悠悠一声呢喃：“夫君，你还有没有在怪我？当初会跟你定下八月十五之约，从此便杳无音信离开，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薄情寡义的女子？” 声音有些凝咽。可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你大婚之夜，咱们却发生了那样的事，你不知道，那对你来说是多大的祸事，足以掉脑袋的大罪啊！其实我都决定了，失了清白身子，这一辈子都不嫁人。再过些年，若是圣上逼得急了，便去找个安庙出家，青灯苦佛了此残生。那晚的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你也能保得性命。微微抬起头来，脸上已是一片甜蜜笑容。可我没想到，已经那般坚决。 扬言要不顾一切娶我，你不知道那一刻我真的有多开心，又有多害怕，所以我只能与你立下那八月十五之约。朝廷与宗室的礼制极为严苛，你已经两位妻室，自然是绝无可能再娶皇室公主的。我要名正言顺的嫁给你，做你的夫人，只有一条路子，那便是用功劳来换一个废除公主封号的机会。又略带俏皮朝他眨巴两下眼睛，几分小女人的得意。本姑娘虽比不得大姐那般才学惊人。 昔日可与天下大儒李舍人论道三日不不败，也比不上他那般运筹帷幄、韬略手段。可或许你还不知道吧，本姑娘不仅自幼习武，而且更是从小便熟读各种兵法，精通带兵之道。王修眼皮微微跳动，将他搂得更紧了些。短暂沉默，赵婉才又柔声道：“虽然我也知道这条路很难很难，甚至严格来说，我都没有把握。圣上若是得知我们之间的事，纵然我可舍弃性命，求他不降罪于你。” 可他会不会将我软禁一辈子？尽管圣上从小便很宠爱于我，可那终究涉及到皇室与宗室颜面，更何况还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战场立功的机会，而且也很有可能殒命沙场。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即便有了机会，可最终能不能活着回来？但之所以将时间约定在八月十五，只因为那不仅是我第一次见到你这坏人的日子，而且若是约定时间太长，你定会心中起疑，不会同意我离开。 可若是太短，若到那一天你没等到我，你心中定会很难过。我不想你难过伤心，眼角泪痕斑斑，却又那么甜，那么美的笑着笑着。上天眷顾，我做到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可以风风光光嫁给你了。从此以后，我便是你名正言顺的夫人了。微微扬起头，那温润弹口，蜻蜓点水，便啃在他嘴唇上，娇笑嫣然。臭流氓，我答应你，以后我就给你生一大堆儿子。我不管，咱们都已经那样了。 圣上也已经赐婚了，反正这辈子我是赖定你了。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要是敢对我不好，我这个当朝王爷就拿你治罪。王修讪讪的笑笑，低头凝视着怀里这张巧笑嫣然、如春风扑面的动人脸蛋，本想要说点什么，竟又不知如何开口。他不是那种没心没肺、无情的男人，即便未能亲临战场，却又如何不知这憨婆娘纵然说的轻描淡写，可一个女子仅仅率领两万多骑兵精锐。 长达大半年，深入广袤草原腹地，刀口浴血，一刻不停，长途奔袭作战，那是怎样的九死一生？不知为何，这让他突然想起北地庆国巍峨皇城中那个倾国倾城的女子，造化竟是这般捉弄人。那一夜的风情缠绵悱恻，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可良久，却也只是腾出一只手来，替他理了理耳根几根凌乱发丝。这大半年苦吗？赵完点了点头，可又迅速摇了摇头，很苦。 将士们不但要长途奔袭，就连短暂休整时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谁都清楚，深入敌军腹地，若是一不留神陷入草原骑兵的纵深包围，注定便是全军覆没。而且因为奔袭作战没有辎重粮草，若是好几日没能得到缴获补给，便只能饿肚子。还有好几次险象环生，惨烈厮杀时险些殒命当场，依然甜甜笑着。但是每次一想起在遥远的林州有个男人在等着我，便又不觉得苦了。 什么都值得。接下来的时间倒也平淡无奇。王修再没说话，只是紧紧搂着怀里这个女子，让她那火辣娇躯彻底依偎在自己怀里，脑袋轻轻枕在自己肩上。听他说着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夹杂着青草与牛粪味道的清风，还有每逢十五的圆月。听他说着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陷阵，将士们的苦中作乐。听他说着得知他身陷庆国粮都，生死未卜，是如何焦急如焚。听他得意的炫耀。 当初在乌鸡巷那座简陋的小院子里，是如何亲眼看见他将那细言提炼之术交给赵太白那两囚货？两人还鬼鬼祟祟,祟密谋五十首诗回京城，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家子弟，大发横财，然后密函告知皇帝。也听他津津有味说着，因为性格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又武艺高强，小时候是如何靠着一双拳头成了宫中的孩子王。只是说着说着，或许终究太累了，躺在他怀里沉沉睡去。时间一点点流逝，夜色依然浓密。 凤梧山上依然静悄悄的，唯独天色似乎终于放晴，头顶乌云悄然散去，天边已有点点繁星。接下来应该是晴天了吧？也不知多久，赵婉才又从他怀里缓缓抬起头来，眼波盈盈。这个昔日那般脾气暴躁、嫉恶如仇，至今更如此位高权重的女子，竟变得如同一个彻底坠入爱河的小女人般，背齿轻斜，略带几分撒娇意味。夫君，我累了，一会儿你背我下山好不好？王修顿时笑了。 自然使劲点头，赵婉又样样沉吟。还有，我想吃卤肘子了，一会儿回王府，你做给我吃好不好？王修脸上更已是几分玩味奸笑，俯下头，几乎都快咬着他的耳朵。那今晚……然而刹那，便见怀里这女子脸蛋唰的一下涨得通红，一声音若蚊虫的轻盈，嗯。话音未落，又一声清脆，臭流氓！那叫一个娇羞无限，眼里都快滴出水来，脸蛋滚烫，使劲埋在他胸口。 竟是在不敢抬起头来跟他对视，一时间硬是看得他王老爷嘴巴微张，眼睛都直了。哟呵，这婆娘向来都是一言不合便拔剑砍人的，竟也会如此害羞？当初老子新婚之夜，后院凉亭内欺负他欺负的正欢乐，结果莫名其妙抱着老子就亲，搞得那天晚上两个娇滴滴的媳妇一个没招惹，反倒跟他跑到被窝去打架，打着打着衣服就没了，不是挺威猛霸气的吗？可关键老子也没说今晚到底干啥呀？ 他就先羞答答的毛线啊！万一吃过晚饭，老子只是单纯的想再练练骑马呢，怎么就臭流氓了？可瞬间，却乃还在按捺得住，满身燥热，也顾不得这尚且还处于山上，将这油污般惹火的婆娘搂在怀里，一顿上下骑手。片刻间功夫，硬是将她折腾的身上王袍都凌乱不堪，面色潮红，喘气吁吁，似乎再没了力气，彻底瘫在他怀里，这才总算心满意足了。这才起身背着她。 径直朝山下走去。第二天，当王老爷景阳郡王府醒来，都已是上午时分。只见身边赵婉指着一件雪白内衫，依然还在沉沉熟睡着，面容说不出的恬静。特别那娇艳欲滴的脸蛋，依然潮红一片，几分慵懒之态，再搭配那露在外面的一双莲藕般的玉臂，以及宽松领口处那一片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脑子里不断浮现着昨晚两人那一次又一次的狂风暴雨，更让他瞬间只感觉一阵心神激荡。 尽管如此，倒也并没有顺势便将这彪悍婆娘压在身下，再做点什么，只是小心翼翼从被窝里爬起来，穿好衣服，简单洗漱一番，才一边揉着酸软的腰，径直离开王府，回了隔壁自己的国公府。毕竟按照计划，今日还要启程回林州府。至于赵婉这婆娘，因为刚凯旋归朝，自然有诸多事宜需要留在京城处理，更何况两人尚未大婚，也不便随她前往林州。 而也是直到昨晚才得知，跟这婆娘的婚期已经定在了下月十六日子上，且还是皇后亲自让青天监的人敲定的。而且不仅如此，因为身份高贵，皇室与宗亲对这位手握兵权的一品郡王的大婚格外重视。再加京城距离林州府尚且还近三百里路，按照宗室礼节，出阁那天花轿也必须是由王府直接前往国公府，再举行婚典。因此，搞得他王老爷可能下个月还得专程跑到京城来拜个堂洞的房。 而且不仅如此，因为这婆娘官拜大都护，身上肩负着统领京畿大营近十万将士的调度、护卫京畿安危的重担，所以即便大婚后也不会随他前往林州生活。这让他王老爷倒是叫苦不迭。看来年后还真跑不掉，要进京任职，甚至可能全家都得搬来京城了。回到国公府，便见老管家钱钟早已备好了马车，以及这一天多行程路上需要的吃食、用度之类。而且最终，他王老爷也并没有选择在离开之前。 前往静安街五号赵兰那婆娘的长公主府拜访道别一番，所以很快马车便在国公府几名侍卫的随行护卫下缓缓启程。又是一天多疲惫不堪的路程，一路上倒是风平浪静。回到林州家中已是第二天傍晚，可当王老爷牵着李乐瑶的小手跳下马车，却又一下子愣住了。只见此时苏婉晴与郑妍儿这两个婆娘正俏生生站在大门口，明显早已在这等着他。真正让他几分意外的，却是除了二人。 朱妙雨竟也已经从南楚归来了，或许历经生死，才更懂得“回家”二字的分量。苏婉晴一袭轻纱长裙，秦手峨眉下，眼波生辉，顾盼嫣然，举手投足间依然那般优雅款款，宛若天上皎月，却又丝毫不缺作为掌管府上一切大小事务的大夫人该有的雍容端庄与落落大方，倒并没有那种夫妻生离死别再重逢的凄凄爱爱，就那么盈盈款款站在那里。 绝美迷人的脸蛋泛着丝丝如花笑靥，只是美眸之中泪花在不停闪烁，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而近两个月不见，腹部隆起又凸显了不少，挺着大肚子，身侧还两个府上丫鬟小心翼翼搀扶着，生怕一不小心便有个什么闪失。算算时间，大概下个月底便要分娩临盆，只是不知道肚子里到底是个儿子还是闺女。其实，作为长在春风里的王老爷来说，自然没什么重男轻女的思想，生儿生女都一样。 只是唯独若是个带把的，毫无疑问，那便是国公府的嫡长子，从一出生便注定未来是要承袭爵位的小公爷。可若是个闺女的话，等到这婆娘出了月子，再调理好身子，老子又得加班加点的干活了。其实对于这位昔日的苏家大小姐，除了夫妇恩爱的举案齐眉，她王老爷感受更多的是那种如小溪涓涓的温情。这个女人从来都是如此，典型的贤妻良母，温柔贤惠又那般知书达理。 不仅将府上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更是一丝一毫处处都为他想着念着。哪怕直到现在，他也从来都未曾怀疑过。来到这大康王朝，这辈子最幸运的便是娶了她为妻。正眼五个月的身孕，腹部也明显比之前隆起了不少。这一身淡黄长裙，圆圆的鹅蛋脸，精致的小摇鼻，搭配那娇柔身段，依然如邻家小妹般略带可爱俏皮。只是此时，这个从来都那般多愁善感的女子，却哪还忍得住满心委屈？ 一阵小碎步，眨眼便已扑在他怀里，一双粉拳不停在他胸膛上捶打着，早已哭得梨花带雨，稀里哗啦，声声哽咽抽泣。你这坏人，吓死我们了！你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我和苏姐姐这辈子怎么活？王修顿时心中一阵疼痛，就连视线都变得有些模糊。说实话，他都不敢想象，当初自从翠屏山下一不留神落入李青梅手中，消息传到林州那一段漫长的时间，这两个尚且还怀着身孕的女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一时间鼻息酸楚，却也不知该说点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将她轻轻拥入怀中，好一顿怜惜安慰。倒是李乐瑶那小妞，尚且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位姐妹，患得患失，小心翼翼，竟是紧张的连小手都不知该往哪儿放。那傻萌傻萌的劲头直冲天灵盖，二话不说，竟是一个箭步便冲到苏婉晴跟前，弯腰盈盈一个大礼：“小妹李乐瑶见过苏姐姐。”王老爷更是看的眼睛都直了，啼笑皆非。 而苏婉晴果然不愧是府上掌管一切大小事务的主母，依然那般沉稳优雅，只是拉着李乐瑶的小手熟视了一番，随即便吩咐张罗着身后不远候着的老管家与下人，领着他前去府上内院安顿下来。明显也早已得知了这位庆国永宁郡主嫁来大康的消息，早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毫无疑问，因为这小妞身份特殊，并且此番随嫁而来，丫鬟婆子之类一大堆，自然也只能与朱妙语如出一辙，在府上后院整理出一座独立的小院来。 等到李乐瑶那小妞在老管家以及几个丫鬟举止恭敬行过礼后，引路进了大门，苏婉晴这才缓缓走了过来，这才美目盈盈，在他身上打量着，依然梨涡浅浅的笑着，只如一个温婉贤惠的妻子，终于等到远方归来的丈夫，温情款款，目光之中万千似水柔情与思念，替他拍了拍长途跋涉搞得有些凌乱风尘仆仆的长衫，回来就好，根本与上次出使南楚归来时如出一辙，妾身已吩咐下人都安排好了。 一会儿去泡个热水澡会舒服一些。另外，妾身也让厨娘给你做了几道你最喜欢的小菜，还温了一壶酒。可没想到，说着说着，却又突然面色一变，没好气瞪着他，小手顺势便已狠狠掐在他腰间软肉上，一声娇骂：“倒是夫君你，亏得自从你离开林州前往丹城之地，妾身与妍儿妹妹便整天挂念着你。你落入庆国人之手，生死未卜的消息传来，我们俩更是成天担忧的茶饭不思。” 结果你倒好，居然还挺风流快活，这么快竟又在庆国娶了这么个娇滴滴的夫人回来，还做了庆国的骏马。几分醋意，更一片嗔怪恼怒之色。而且不仅如此，陛下更还赐婚了一个女王爷，昔日的皇室公主。再这么下去，咱府上恐怕都快住不下了。看这样子，恐怕得重新买套更大的宅子了。